我们都知道，在异人的世界中有很多让人津津乐道的秘密，比如无根生为何要涂改24节古通道的纹路，真的只是为了避免所传非人吗？无根生为何要挟取九奇迹，是为了封锁各种艺术修行的上限吗？而九奇迹是否又存在彼此间的相生相克呢？还是说只有那另外的第九奇迹，也就是无根生所悟得者可以统辖克制其余的八奇迹？还有无根生的来历不明，他体内的神明灵元婴到底是哪个朝代的，又传承轮回了多少年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内森篇中寻找答案吧。一艘行驶在海上的货船突然出了意外，整个船上的导航系统全部失灵，信号也随之消失，整艘船现在已经偏离了航道。两个船员赶紧出来查看情况，可出现在眼前的一幕却使二人震惊不已。只见一个戴着帽子看不清脸的神秘人竟然站在船的围栏上看着他们。两位船员也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他们船上的，金毛问神秘人到底想要做什么，可神秘人并没有回答，而是直接跳入了海中。这可给两人吓得不轻，嘴里一边喊着上帝啊，一边来到围栏处查看，但神秘人早已没了踪影，二人能看见的只有大海和一缕黑色的头发。画面一转，神秘人已经来到一片树林之中，突然一个无奈的声音从山洞中传出，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啊？想来就来啊。神秘人坐在一块石头上并没有回答，而是反问道，你就打算一辈子烂在这里不出去了？洞中人回答，那不然呢？我已无欲无求，这里的太平日子不是挺好吗？而且我还交到了新朋友，据说也是从咱们那边过来的。神秘人闻言嘿嘿一笑，说道，这一路走过来，我见到无数人暴尸荒野，你管这叫太平？洞中人却不以为然地说，这里的法则就是这样，你见到的就是这里的太平，要不你就留下来陪我待个几年再走吧，反正你不论哪里都能来去自如，想走的时候再走呗。神秘人拒绝了洞中人的挽留，因为他还有事情要去做。洞中人问他，难道是想结束当年的一切吗？神秘人说，他没有这个打算，他没有那个本事，也没有那个胆量，他的诉求只是完成他的一点执念而已。洞中人听闻后突然安静了下来，不知过了多久才说道，你是不是活腻了？可他并没有得到回答，因为神秘人已经消失不见了。另一边，张楚岚和张灵玉也来到了工作现场。张楚岚刚到便开口劝道，大家都消消气，没约在北京，也没约在天津，既然大家都同意来廊坊谈，那不就说明大家都不想把事情闹大不是？其实我没这么大面子来给各位说和，但这是公司给安排的工作，大家都理解一下。张楚岚转头对豹爷说道，豹爷，您是西谷阁当家石老的兄弟，您是什么身份呢？何必纠结这事呢？还有这位勇哥，给兄弟个面子，这事就算了吧。然后张楚岚又对小桃园三兄弟说道，你们哥几个也算是熟人了，就别给兄弟我添麻烦了。你说我这刚从江西回来，还没来得及休息，就为你们哥几个跑着忙回来，我也挺不容易，给个面子，这事就算了吧。小桃园开口说道，不是我们不给你张楚岚面子，他一个琉璃厂的人跑我们古文化街来摆事，他这顿揍挨的冤吗？赵勇一听脾气就上来了，你们小桃园够王道的呀，我兄弟去就得挨揍，你是不是这意思啊？见众人吵得不可开交，大有要动手的架势，张灵玉赶紧出言阻拦，你们的俗事放一边，这里都是圈里人，这么心浮气躁像什么样子？平时氧气的功夫都白练了吗？张灵玉话音刚落，就有人问，这他妈长毛谁啊？可没等张灵玉自报家门，就有人认出他了，这不是张灵玉吗？为女的死，为女的亡，为女的八戒四张狂，听说是让天师府轰出去了，给碧莲当岁催去了，赶紧回家抱娘们去吧，这没有你说话的份。听了这一群人的嘲讽，张灵玉脸都黑了。张楚岚见状赶紧拦住张灵玉，小师叔，氧气的功夫不能白练，咱们得有涵养。赵勇对张楚岚说道，别说我们不给你面子，只要小桃园他们给我兄弟赔个不是，咱们这个事就好说。还没等张楚岚说话，小桃园就开口说道，别不要脸了，你一石家庄的在这出什么头？这能轮得到你说话吗？再说了，你一个大老爷们穿一身粉整得这么骚气，是来平事的还是来给大家找乐的呀？赵勇直接急了，老子穿什么你们管得着吗？只要拳头大，穿什么都能了事。小桃园直接嘲讽道，你也配了事？要是豹爷说句话还差不多。说完还和一群兄弟唱了起来，当唱到最后一句粉红大撒币时，赵勇气的是脸上青筋暴起，招呼着兄弟就要动手。就在局面要控制不住时，一个声音响起，哇，这儿挺热闹啊！众人闻声望去，来人正是冯宝宝。小桃园一看见冯宝宝，赶紧叫姐。冯宝宝对刘放招了招手，示意他过来。刘放立马屁颠屁颠的跑过去，冯宝宝直接一脚将其踢飞。躺在地上的刘放对其他兄弟说道：“完犊子了，今天这个事没得闹了。”张楚岚一看冯宝宝来了，立马凑过来问道：“你回来了，宝姐，老王咋没跟你一块？”冯宝宝回答道：“老王说他身体被掏空了，回去疗养了。”张灵玉见冯宝宝直接动手，便说：“宝姑娘，四哥的意思还是以劝解为主，上来就动手，怕是不好吧？”冯宝宝解释道：“没事，老四说了，把冒头的都打了就行，赶紧处理完回去还有事呢。”冯宝宝正在和张灵玉解释动手的原因，旁边的一个大块头却走过来对冯宝宝说道：“你他妈谁呀、啊？还冒头的都打了？”可他话还没说完，冯宝宝直接一个大笔兜就扇了过去，大块头直接被打得眼冒金星，倒在了地上。赵勇一看兄弟被打，便走上前来对冯宝宝说道：“报上字号，我来会会你，别跟老子提什么公司，直接单挑，让你们见识一下燕赵狂龙赵勇的手段。”张楚岚一听这个名号就感觉耳熟，突然他想到那个被王振球给折腾的够呛，看了一年心理医生的可不就是这个人吗？想到此处，张楚岚笑呵呵的找上了赵勇：“勇哥呀，你怎么不早说呀？早亮字号，咱们啥事不都好说？”赵勇说：“是看在公司面子才告诉你字号的，咋了？听说过我？”张楚岚勾上赵勇肩膀对他说道：“勇哥大名谁能不知道，那可真是如雷贯耳，你早亮字号我就跟你提人了。”赵勇却说：“今天这事你提谁都不好使。”张楚岚并没有在乎赵勇说的话，而是继续说道：“你有一个朋友跟我有过命交情，朋友的朋友，那咱俩不也是朋友吗？”赵勇听得一脸懵逼：“我的朋友谁啊？”张楚岚认真的说道：“西南毒瘤啊，咋了？你给忘了呀？”赵勇一听这个名字瞬间冷汗流了一身，他转过头对挨打的人说：“兄弟，我觉得你跑人家地盘闹事确实是你的不对，做人咱们得讲道理，这顿打你挨的也不算冤。”这句话直接给挨揍的兄弟听傻了，这啥意思啊？这事就算了呀。赵勇转头对豹爷说道：“豹爷啊，我突然想起来我家里有点事，我四姑家的狗要生了，我得赶紧
紧回去帮忙，兄弟我就先撤。张楚岚一听，赶紧把他拦住，对他说道：别走啊勇哥，这边的事还得靠您给说和呢。赵勇立马认怂，张哥他们都是大城市的人，我小地方来的，这事我管不了。张楚岚赶紧让冯宝宝叫上小桃园，把事给说明白了。冯宝宝问道：你们三个还打吗？这三兄弟见了冯宝宝还怎么敢继续闹事，连忙赔上笑脸：不打了，大家都是一家人，欢迎对面的兄弟来做客，喝茶搓麻都随意。张楚岚见状直接让几人握手言和，几人可谓是相见恨晚了，就差点来到桃园四结义了。就在此时，一声行啊从旁边传来，说话的正是豹爷。他点上一根烟，继续说道：公司还有这么水灵的妞啊，长得好看，身材还好，真赞。然后一只手搂住冯宝宝，对他说道：哥哥今天谁的面子也不给，就给妹妹你面子，有空来我这西谷阁坐坐。说完便带着人走了。众人走后，张楚岚对冯宝宝说道：宝姐，以前徐爷不是教过你吗？对你毛手毛脚的都要收拾。冯宝宝回答说：是教过，可行为与性别没法当作绝对的判断标准，最重要的是对方的状态，而刚才那个人的气并不下流。另一边，豹爷一行人走远后，有小弟不解的问道：豹爷，咱们就这么让一个小妞给轰走了呀？豹爷则说道：你们豹哥我手是朝点，可眼皮可不窄，那个小姑娘可不是好惹的主啊。回到公司后，张楚岚向徐四问道：咋了，四哥这么着急，有啥任务啊？徐四回答道：工作量不大，也不麻烦，不过这次工作却很重要，级别也很高，因为这次的任务涉外，你们一个个的都给我重视起来，千万别再给我出什么岔子。张楚岚一听涉外也是十分震惊。徐四继续解释道：一周之后，世界各地的艺人高层就会来咱们这会面，这些人里也包括咱们公司的赵总，一起与艺人指导内森岛的主人会面，这是内森之王即位以来的第一次公开露面。张灵玉好奇地问向徐四：那森岛的王是什么意思啊？徐四回道：你们没听过很正常，就连我也是在正式接班的时候才被告知内森岛的存在，可要是说到历史悠久，这那森王可一点不输你们天师府的天师啊。这群人在古罗马时期就存在了，他们生活在山林里，信奉森林之神，他们的圣物是一棵神树，而守护神树的便是他们的大祭司，也就是他们的王。按照他们的说法，在神树的庇护下诞生的子民就是神之子。张楚岚这时出言嘲讽：又是这一套，这帮人生来就高人一等。徐四点燃一根烟反驳道：这群人可不太一样，因为这些神之子身上都有神力。他问张楚岚是否还记得修身炉？张楚岚听闻大惊失色，不可思议地回道：难道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全是异人？徐四淡淡地答了一声，对后又继续说道：因为他们自身原因，神之子们连同神树一起消失了，同时他们也从这个世界的官方历史中消失了。从此，这个世界的某个岛屿上便多了一棵树和一群人。这个岛和岛上的人经历了上千年，却从未在世界上任何一份公开资料上留下他们的痕迹。你根本找不到任何一个标注他位置的地图，甚至连你看到的卫星图都是经过处理的。它只存在于历史上各个政体封存的密档和暗网上的留言中，而岛上生活的人也是一群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根本不存在的人。这就是异人之岛内森岛，一个不被承认的地方。听到这里，张灵玉好奇地问向了徐四：那这个岛就是一群欧洲人组成的呗？可徐四却说：这可不一定，内森诞生后和导致他们迁徙的人定下了一个协议，那就是他们不被承认，但也不再被干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上的其他种族或政体也逐渐接受了这个提议。但这个地球说小不小，说大也不大，想在地球上找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多么隐蔽的地方，最后都会被人挖出来公之于众，内森岛当然也不例外。近千年中也有不少外来者登岛，当然能找到这个异人之岛并能在上面活下来的人，自然也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按照内森岛与外边世界的约定，有外人登岛就要接受岛上之人给出的选择，要么马上离开这里，至于外边世界怎么处理这个人，那不是岛民所关心的事，要么就是成为内森岛的新岛民。如果选择加入内森岛，那么就相当于这个人放弃了原来的一切身份，也就是说这个人就从原来的世界上消失了。在这种苛刻的条件下，还愿意留下来的人恐怕大多都是被外面世界所不容无处可去之人，而这些新岛民可能来自世界的任何地方，久而久之，内森岛就变成一个多民族多种文化聚集的地方，他们在岛上诞生的后代则会被神树庇护，所以内森岛上的人唯一的共性就是他们全是异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异人之岛。而这座岛的主人就是当年大祭司的继承人内森之王。张楚岚这时又问：这个王到底是什么人啊？就在岛上待着呗，没事瞎溜达啥呀？薛四解释道：目前还没有人见过王，这次王现身就是要公开身份，如果没事的话，那这王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现身，别说是外边的人，就算岛民也基本上见不到王。内森岛与外界的联系完全是由九名守护在王身边的异人完成的，这九个人就是内森卫，他们九人和王也是内森岛中仅有的在世界上有身份的人。王这次来的目的说是要和这个世界谈谈建设内森岛的想法，其实就是来要物资的，这种事以前都是内森卫来搞的，这次王亲自出马，那他们的胃口应该不会小，上一代的王露面也是因为这个事，在英国狠狠啃了所有人一口，这次王指定要在咱们这完成碰面，这是知道咱们国家发展的好，准备来蹭饭了呀。说完后，徐四将内森卫的资料递给张楚岚，张楚岚接过资料问道：那他们这王是怎么继承的呀？徐四说：具体细节不清楚，正常的话是老王去世后，神树会指定岛上诞生的孩子为新王。张灵玉听完疑惑地问道：正常的是这样，那不正常的呢？徐四手在脖子上抹过，淡淡说道：干掉王，那你就是新王。就在张灵玉感叹奈森岛的残酷时，正在看资料的张楚岚发现了问题，他看着资料上一张熟悉的照片，向徐四问道：四哥，这个人也是奈森卫吗？徐四说：对啊，这个叫伊利亚的，你应该认识，就是你们在24节谷碰见的那个，还是咱们毕董亲自盯着他们出的警。话音刚落，徐四像是又想到了什么，警告张楚岚：你小子想什么我知道，这个人的身份很麻烦，你可别给我惹事。张楚岚只能无奈答道：我懂。看张楚岚没有惹事的打算，徐四靠在椅子上给几人分配任务。其实你们的活很简单，会面的地点已经快布置好了，
入道时候直接封掉，你们就跟着老三负责查证，没证的一律不放，而且那些车基本都是公司的，很好认。普通人想进来的话，你们就自己想办法劝阻，圈里人来找事的话就直接拿下，不用管他是哪国人。说完，徐四扔出几个助听器让他们带上，以便与外国人沟通。会面日的晚上，三人跟着徐三进行着查证的工作。张灵玉还对这个助听器赞不绝口，眼看着没什么事，张楚岚便走到一旁打算抽根烟，可烟还没抽就驶来一辆车，而且还不是公司的车。徐三让张楚岚歇着，他去处理就好。徐三来到车边，让车里人出示证件，可车里突然射出一颗石子，直接打在了徐三的头上，随后就撞开了路障，直接向前冲去。三人听见声响，顿时一惊，而下一刻车子已经朝三人冲来。张楚岚见状，大喊着让冯宝宝拦住车，然后让张灵玉去救徐三。冯宝宝人在空中便抽出了腿上的刀，来到车子侧面的同时，直接一刀划在轮胎上，伴随着噗噗的漏气声，车子在路上转了一圈后停了下来，开车门的声音也随之响起。可此时的冯宝宝却已高高跃起冲了过去。当会场外的张楚岚三人遭遇有人硬闯会场时，而会场里早已经做好了接见王的准备，赵总正在和一个外国老头惋惜前辈的牺牲。突然一句赵先生好久不见打断了二人的谈话，来人正是佛剑石川流的当家石川信。石川在和外国老头打过招呼后，便让赵总借一步说话。来到没人处，他对赵总说道：“赵先生，对于之前我们与人和公司间的一些误会，我深感抱歉。”赵总看出他的心思，直接打断他说道：“不必再说了，先生，智丸与魔人已经消失数年，您的心情我也能够理解。但这里是我们的土地，如果您是来观光，那我欢迎您的到来。可您要是有其他目的的话，请务必通过我们来完成。现在我就把话挑明了，如果我们真的觊觎智丸的话，那我保证你们再也见不到这把妖刀了。我也知道石川先生为了守护这把刀付出了很多，我以人格担保，如果我真的找到了智丸，一定会还给你们的。”闻言，石川也不好再多说，只能躬身向赵总表达感谢。这时，一位金毛赶来，对赵总说道：“赵总，我们的王是不是来的有些晚了呀？作为东道主，我觉得您有必要让王认识到自己的身份。”赵总微微一笑，叫来正在泡妹子的徐四，让他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这时，张楚岚开门走了进来，略显尴尬的说了句：“各位王道。”这一句话也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徐四看到张楚岚有点发懵，这小子不是在外围吗？怎么还跑进来了？不过他也没当回事，反而是跟赵总嘲讽着说道：“这小子还真是上不了台面，脸都给吓白了。看他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而赵总却看着进门的人说：“不是来了四名内森卫吗？这怎么才来了两个呀？那中间的那个人一定就是了吧？”可看清来人的赵总，硬生生的把到嘴边的话憋了回去，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因为在众人簇拥下的内森王，居然是冯宝宝。冯宝宝进门后，用着蹩脚的方言和大家打起了招呼：“很高兴认识大家，我就是内森王。”众位外国友人听的是云里雾里，赵总和徐四更是满脸冷汗，不知道该干嘛。张兰见状提醒赵总赶紧走流程，之后再跟你解释。赵总也是老江湖了，赶紧调整状态，走上前去打招呼。张楚岚也赶紧介绍起来：“这位就是我们哪都通的董事长赵方旭先生。”冯宝宝也配合着用方言说道：“这个胖子就是你们的头了。”张楚岚小声提醒道：“王啊，咱不用模仿那方言也行。”赵总赶紧接过话说道：“尊敬的王啊，就让我来给您介绍一下这次前来与您会面的朋友，他们分别是欧洲翡翠学会的理事威廉斯宾塞、大地之子的会长莉莉亚奇米娜、泰国艺人馆的搬砖老师。”在赵总介绍其他人时，石川信对身边人说道：“这位王的中文说得很好啊，怪不得一定要来这里和众人见面。”可他的儿子却提出疑问：“这位真的是内森岛的王吗？因为到目前为止，除了内森卫，没人见过王的真面目，我们怎么能确定他是真的王？”石川解释道：“根据资料记载，在他身边的那两个人是内森卫不假，而能让他们去守护的只有王和神树，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内森卫都是在岛上出生的孩子，一降生就被选中，由岛上的长者教育。他们要学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对王和树有着无限的忠诚，无条件守护王和树就是他们一生唯一的目标。他们甚至比我们还要纯粹，他们就是随时可为王付出一切的完美武士。所以拥有这九个人的守护就是内森王身份的最好证明。”可是石川身旁的女人却说：“对这位王心存疑虑的好像并不止我们，而且还不单单是疑虑。你看大家看这位王的眼神都很有趣。”就在大家都心存顾虑时，一个声音传了过来，说话的正是刚才提醒赵总王来晚了的金毛。他走上前对冯宝宝说道：“终于见到您了，尊敬的王，您与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真是令人意外啊！我是贝西摩斯的董事罗恩凯勒。”赵总向冯宝宝介绍道：“王，这是一家美国的公司。”罗恩直接打断赵总的话，反驳道：“我们公司是服务于全世界的人民，当然也包括你们奈森岛。”然后便伸出了手，继续说道：“很高兴见到您，我的女王。”冯宝宝伸出手与罗恩的手握在一起，可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开口说道：“这个是知识点，这个我学过的。”张楚岚一听，人都麻了：“我的祖宗啊，你可别在这档口犯你那间接性机制病了呀！”只见冯宝宝在向赵总确认这是正式场合后说道：“我在书上看到过，正式场合中握手的话，女性地位高或年长的应该先伸手，对吧？那这样的话，这个人这样就叫做没礼貌吧？或者说你觉得你地位比我高，还是说你的岁数比我大？”罗恩直接被说得哑口无言，周围一群人见罗恩吃瘪，也都哈哈大笑了起来。罗恩也只能向冯宝宝道歉，说是由于太激动而失礼了。冯宝宝大方的松开手表示理解。罗恩似乎对刚才出糗怀恨在心，便开口问道：“女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森岛原住民的语言应该是英语吧？没想到您还会说中文呢。”冯宝宝却淡然回道：“我一直说中国话的，怎么了？有问题吗？”罗恩再次被呛到，只能讪讪的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阿方索见状怪笑着说道：“选的这个女人真是让人意外啊！”见过冯宝宝的伊利亚却表示：“没想到拦住我们的会是她，这个女人就算是在岛上，也会是个令人惊讶的存在。”
能想象出我们的宝姐穿上礼服后是什么样子吗？小日本竟然还评价出她拥有上位者的气质，然后还坚定不移地相信她就是奈森岛的王。可是我们的宝姐是因为什么假扮上奈森王的呢？话接上集，看着不远处的罗恩被冯宝宝说的脸都绿了，石川对儿子说道：“你现在还对这位王的身份有什么怀疑吗？中国人认为虚名没有意义，只有名称与名声和实际相符才可以，这就叫做名副其实。而且人与人之间从来就没有平等这么一说，在真实的人格上，如果地位相差过于悬殊的话，下位者是无法通过羞辱或者取悦之类的手段来影响上位者。就像你不会在乎一条狗对你的鄙视或者羡慕。反过来说，人与人之间无论存在何种关系，当你开始在乎对方对你的态度时，你就已经默认自己的地位是不如对方的。就比如那个罗恩，或者说是在场的所有人，他们真正的身份都不是什么泛泛之辈，可他们身上散发出的上位者的气场，对我们这位一心吃东西的王有丝毫影响吗？他作为王室昏庸还是贤明，咱们暂且不论，单论他的状态，这是何等的自由，何等的嚣张！就算没有内森卫在守护，我也相信他就是内森岛的王。眼看没人再质疑冯宝宝身份，赵总把张楚岚单独叫走了解情况。张楚岚解释道：“赵总啊，四哥当时给我们说了，碰上闹事的不用管他是哪国的，直接收拾了就行。可我万万没想到啊，来闹事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内森岛的人自己来闹事。”赵总一时间没能听懂，便让张楚岚捞干的说。张楚岚一句宝姐把那森王打了，直接给赵总下的是冷汗直流。张楚岚继续说道：“赵总啊，您也知道宝姐做事从来不讨价还价，您给她嘱咐一块的，她不可能就干九毛九。四哥都交代了，闹事的直接打。”宝姐看见车里走出了人，直接就是一脚给人家踹飞了，然后还不忘了上去补上几脚，还是那几个内森卫出面才给拦了下来。其中一个愤怒着喊道：“你怎么敢殴打我们尊贵无比的王啊！”就在那几个内森卫上前去搀扶他们王的时候，我认出了在二十四节谷碰见的那个外国人，又将资料上的信息和这几人对比了一下，我可以确定他们都是真的内森卫，而他们簇拥的那个让宝姐打得跟个花瓜似的，就是内森岛的王。这时王开口问道：“比利亚，你认识他们吗？”比利亚答道：“之前接到委托，半途中的对手就是他们，这个打你的就是我跟您提到的那个女人。”王嘀咕了一句：“意外的合适啊！”便拿出凭证交给了几人，几人看着公司的通行证，大眼瞪小眼，不知该说什么。王直接问道：“事情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你们打算怎么办呢？”这一个问题把大家都难住了，谁也不敢开口说话。见没人回答，王继续说道：“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责怪谁都没有意义，可我现在这个样子是没办法参加会面的。”听见王说的是中文，徐三说道：“您会说我们的语言，难道您或者您的前辈也是从我们这儿去的内森岛吗？”其实这是一个误会，可是话还没说完便被王直接给打断。我现在不想听到这些，我只想赶紧解决眼前的问题。如果我现在不去参加这个会面，那你们也很难和其他人解释吧。那不如就这样，既然这个女人打伤了我，那就由她暂时代替我去出席这个会面。徐三直接慌了，他问王是不是在开玩笑，可王却回答道：“没错，我就是在开玩笑，我想和你们主办方和其他所有贵宾都开个玩笑，请你们几个配合我一下。”徐三直接拒绝，并说道：“我们是抱着无比认真的态度来接待您的光临，这次对您的伤害责任在我，我会承担一切责任。”可王并不这么认为，他说：“你们确实都有责任，可责任最大的便是这个动手打我的女人，而且你们公司的首领也有责任，所以你们公司没有资格裁定这件事，看来需要联系更高级别的人来解决这件事。”说罢就作势要走，并让伊利亚去告知公司此事。徐三连忙阻止，并问王究竟想要干什么。王还是那句话：“我就是想和大伙开个玩笑，并不想做什么。”他又向徐三问道：“在你的眼里我是王吗？或者你的上级是怎么介绍我的？”徐三直接把官方的介绍给搬了出来：“您是内森岛的主人，是传承了千年的内森之王，身份尊贵无比。”可他心中的真实想法却逃不过王的眼睛。王缓缓说道：“在来这之前，我从没离开过内森岛，可以通过有限的电能供应得到了有关外界的大量信息。一个国家接待王室的到来，不应该是这样的，不应该在这种时间这种地点，还有你们这种人来接待我。这个王在你们眼中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呀。那既然我作为一个笑话，用一个玩笑的方式来和大家见面，难道不是很正常吗？”王认为自己的身份在其他人眼中就是个笑话，他提议只要让冯宝宝代替他的身份一到两天，这次被冒犯的事就当作没有发生。没等徐三提出质疑，他又继续说道：“我要去处理伤口，并且参观一下这个城市。话说你们还是真不希望我来啊？行程安排里竟然都没有这一项。不过你放心，两天之后我会现身解释这一切，是我任性，这一切的责任都在我。”徐三见此事已成定局，便想让自己去代替王，可王却直接拒绝，他说是冯宝宝冒犯了他，所以必须他去负责。况且我也不想让一个男人来扮演我，就这样决定了，我派伊利亚和阿方索陪你们一起，就足以证明我的身份。为了表示我的诚意，就由你来做我的向导吧。另外，在见到你们领导之前，不要通知他们我们的决定，毕竟玩笑的精髓就是出人意料啊。张楚岚凑到徐三面前低声说道：“三哥，这里边肯定是有事。”徐三自然是明白其中道理，他让张楚岚暂时先听王的安排，等见到赵总再做打算。张楚岚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赵总后，说道：“赵总，其实这事很简单，就是我们被内森王给碰死了，但他说这是为了和大伙开玩笑，这不就是糊弄傻子吗？”赵总闻言转头看向肖子，再说道：“小肖，你知道该怎么办了吧？”肖子再扶了扶眼睛，答了一声：“嗯。”赵总有些不放心的再次问道：“你是真的知道该怎么办吧？”肖子再冷笑着说道：“我们索性直接干掉真的王，让我们的人接管内森岛好像也不错。”赵总直接发飙：“你他妈别跟我在这扯淡，赶紧戒备升级，同时也让二壮掌握一切他可以掌握的信息。”赵总又继续吩咐道：“楚兰，你们去看好冯宝宝，小四，你去重新核对一下在场每一个人的身份资料，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内森王这么大的动作绝不可能就是为了和大家开玩笑，让冯宝宝做替身一定是在防备什么，而且他们这么做就说明他们已经确定这次会面中一定是有什么值得防备的。随后他像是想到了什么恐怖的事，自顾自地说道，不会吧，都是几百年前的事了呀。然后他便走向了冯宝宝，对冯宝宝说道，王，时间不早了，您的房间都已经准备好了，您可以去休息了，期待明天与您的正式会谈。在将整层人清空之后，赵总带着张楚岚与张灵玉来到监控室，说道，从现在开始，任何出现在这层监控中的人都可以视作可疑人物。冯宝宝休息的房门外，伊利亚看着异常警惕的阿方索说道，不用这么紧张，里边的又不是真的王。可阿方索却说，虽然他伤害了咱们的王，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并不讨厌他，而且本来就是他落入了我们的陷阱，如果做替身却丢了命的话，我会感到抱歉的，而为王做出牺牲，这应该是我们的职责才对。伊利亚闻言回道，既然这样，那更应该放松了，今天也许不会发生什么，这一路上不是没事吗？而且我们不知道对方会动用多少人，会用什么方式，也不知道他们会在何时何地动手，这将是一场持久战，我们需要足够的耐心。而此时冯宝宝房间中突然发出一声轻响，随即一个神秘的黑影出现在房中。与此同时，在会场的某一个房间里，一个人在床上不知干着什么，伴随着沙沙声，一把纸做的小刀出现在其手中。奇怪的是，那个出现在冯宝宝房间中的黑影手中也出现了一把刀，黑影灵活的游走在房间中寻找时机，可冯宝宝像是发现了什么一样，直接坐了起来，眼睛死死的盯着刚才黑影出现的方向。然而整个房间里静悄悄的，并没有黑影的踪迹。此时躲在一旁的黑影十分震惊，他不明白冯宝宝是怎么办到的，影子里只有一点他分裂出的灵魂，行动时不会有任何声音与气味，因为这些东西都保留在本体之上，影子的行动不会留下任何线索，这可是家族流传的禁忌之术，就连同僚和师长都不知道，也不可能提前防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冯宝宝见没有什么情况，便躺下继续睡觉，可神秘人却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被发现，他冷汗直流，暗自说道，这是陷阱吗？等我再次现身时将我抓住，这纳森王也太可怕了，可此时已经不可能收手了，他嘴里喊着对不起了，直接举刀冲向了冯宝宝，可他刚一接近便被一个阵法给难住，同时门外的内森卫感知到屋内有人直接冲入了房间，监控室里的赵总也急忙让张楚岚二人赶去查看情况，随即赵总直接下令让守备人员封锁整个会场，并叫醒所有人确认他们现在的状态。冯宝宝睡得正香，屋里却突然出现了一个黑影，只见这个黑影手里居然还拿着把半米长的小刀，就在黑影要去攻击冯宝宝时，床下的阵法却阻挡了黑影的去路，这边阵法刚将黑影弹开，门外的阿方索二人就立马察觉到了异常，随后二人就冲进了屋中查看冯宝宝的状况，可是见到的却是呆呆的坐在床上的冯宝宝。随后冯宝宝就向二人解释，刚才他就察觉到房间里有一股微弱的气味，一开始他还以为是错觉，结果没想到真的有东西在这房间里，当他要攻击我的时候，却被你们的阵法给推开了，那个东西就像是一个。可还没等冯宝宝把话说完，伊利亚就伸手拉起了冯宝宝，而一边的阿方索则是说道，这临时准备的阵法果然是不行啊，仅被撞击了一次就已经崩溃，看来对方也是个高手，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而此时躲在房间角落里的黑影则是将三人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他现在正在暗自高兴，虽说你们将灯打开了，我容易暴露，但是你们的影子也更加清晰了。想到这里他便从后方飘出，目标直指冯宝宝，可哪曾想冯宝宝像是早有预知一样，身体一侧就躲开了这致命一击，但是在匆忙的躲避间，黑影手中的刀还是划上了冯宝宝的影子，只见冯宝宝的脖子瞬间就多了一道刀痕，血珠也随之洒落了出来。匆忙的躲避过后，阿方索二人也终于看清攻击冯宝宝的竟然是个影子，随即伊利亚便直接开枪打向了黑影，只听一阵砰砰枪响，火花四溅，可是黑影却没有伤到分毫。伊利亚见状说道，子弹对他不起作用，对方施展的好像是巫术，很有可能是某种瞬时巫术。闻言阿方索则好奇地问向了冯宝宝，你以前见过这东西吗？为什么知道如何躲开他的攻击？冯宝宝却一脸理所当然地回答道，我没见过呀，我见他砍我的影子，我只是不想让他砍我的影子。阿方索闻言很是无奈，真是让人搞不清脑回路的女人啊。伊利亚则是立马拉回了阿方索关注的焦点，叫他不要掉以轻心，那东西还在影子中伺机而动，也就是说现在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他可能从任何地方发动攻击。就在三人小心警戒时，冯宝宝突然出言提醒说他又闻到一点淡淡的气味，阿方索感知了一下，也终于确定对方使用的是某种巫术，虽说很是奇妙，但是格调却是太低了。随后就见他握紧了拳头，眨眼的功夫他握拳的手中就有一丝微光亮起，随即就光芒大放，照亮了三人的周身，将此时正潜伏在三人身后的黑影给照了出来。阿方索这时却缓缓地打开了紧握的拳头，他自言自语道，你根本没有资格做我的对手，你甚至连黑暗都算不上，顶多你就算是个污秽。话音刚落，瞬间更刺眼的光芒从他手中释放而出，黑影顷刻间就被光芒刺得哇哇乱叫，直接倒飞了出去。被击飞的黑影内心也是震惊不已，刚刚阿方所释放的光芒居然与屋里的阵法一样可以伤到自己，随后也暗叹自己真是倒霉，居然碰见了一个可以放出奇怪光芒的对手，最可恨的却是这光芒竟然能伤到自己。就在这时，张楚岚与张灵玉二人也终于赶到了现场，两人见到地上的黑影也不废话，直接抬手蓄势起了雷法轰击。黑影见状被吓得双眼圆睁，卧槽，这两个光芒看起来更是凶险，要是被打到小命可能都要不保。随后他就拼了命的在雷电中闪展腾挪，不让电弧沾到自己分毫，表面上看着好事灵活，其实此时他内心却是叫苦不已，我他妈的这是被命运抛弃了吗？居然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欺负我，真是叔能忍审不能忍了。随后就又立马开始了反扑，冲向了张楚岚与张灵玉，你俩可千万别让我碰到你们的影子。见黑影冲来，张楚岚二人却下意识的用出了金光咒护体，黑影看着眼前发着金光的二人直接脸都绿了，这他妈咋人人都会发光啊，在这搞针对呢吧。眼看黑影不敢再靠向二人，张楚岚忍不住嘲讽，还以为这玩意多猛啊，怎么金光咒一出动都不敢动。张灵玉却在
一旁解释，这东西能躲开我们的雷法应该很是厉害，但从他面对金光咒和雷法的反应来看，这东西按门里的说法应该归类为邪祟。说罢，张灵玉就运转起了金光咒，直接用金光将黑影困了起来。可是黑影却是原地转了几圈来，随后便向地上的缝隙处钻去。张灵玉发觉黑影要跑，赶紧出言提醒，随即与张楚岚二人直接发动了雷法，朝着黑影就是一顿狂轰乱炸。但可惜的却是，烟雾散去后，这黑影还是失去了踪迹。张楚岚见状，只好将现场情况告知了赵总，随后便护送着几人前往大厅。路上，张楚岚向张灵玉问道：“师叔，你管刚才那玩意叫邪祟，你认识这个吗？”张灵玉回道：“看来怀疑前辈只教了你门中秘术，而其中的意义却没有向你过多透露啊。其实邪祟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各种古灵精怪、邪门法术，甚至部分传说中的妖魔都可以称作邪祟。这其中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因人的性命中的腐败部分而生。畜生也会作恶，也会行善，这是他们的本性，他们没得选。可人是万灵之长，一念之间也可以是众生之魔。即使是那些独立存在的邪门精怪，变成邪祟的原因，一定跟人类腐败的身体或精神有关。那东西像是一个影子，按理说光影并存，它不应该怕光。可我们的手段却是单纯的运用自身的阴阳二气，掌握这手段的，我不敢说都是正人君子，但至少修习手段时必定身心端正。金光咒和雷法的光芒可以说是堂堂正正的生命之光。如果那影子正被我们的金光所克制，我自然就能确定，那正是人类腐败身心所化的邪祟。听了张灵玉的话，身后的阿芳所道：“我不知道我耳朵上的东西翻译你们的对话是否准确，但至少从我听得懂的部分来讲，我很欣赏你对那黑影的评价。”与此同时的另一边，刚才控制影子的神秘人也走出了房间，此时他的内心正慌乱的一批，只是被内光照到就伤及到了本体。那个光芒究竟是什么东西？建公司已经开始对所有人展开了盘查，他打算走楼梯来躲开众人。他暗道：“绝对不能失败，只要逃过了这次盘查，那就还有机会。”可他刚准备下楼，却迎面碰上了公司的两名员工。看着受伤的神秘人，刘哥问道：“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可神秘人却没有说话，而是将手中的纸团成了一团。与此同时，那个影子也出现在了刘哥身后。刘哥看这人有问题，也时刻准备着攻击。可随着神秘人将手中的纸团举起，同时那个影子就将手中的武器砸上了刘哥的后脑。刘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倒在了地上昏了过去。这时神秘人再一次举起了手中的纸团，说道：“对不起了，小姑娘。”就在柳妍妍一脸懵逼，不知道该怎么办时，突然一只大手伸出，抓住了神秘人的手腕。肖自在的声音也从他身后传来：“朋友，你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不久后，走廊里，徐四向柳妍妍问道：“小刘没事吧？”柳妍妍说：“没什么事，就是昏过去了。”徐四有点不相信的继续问道：“那神秘人是你抓到的？你那些大粽子都不能往会场里送，这里就属你最没用，你是怎么抓的？”柳妍妍却得意的回道：“有力使力，无力的使智，你别管我怎么抓到的，这事也算是大功一件吧，是不是得给涨涨工资啊？”徐四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小算盘，说道：“涨工资也行，你等我让财务核完你那堆发票，一张一张的落实后再给你涨工资也不迟。”柳妍妍闻言苦着一张脸说道：“何必呢，四哥。”随后只好说出了实情：“是个公司的大哥帮的我们，挺高的，还戴着眼镜，之前酒会上就坐在我对面，搞定了之后也不知道他在那想什么，还发了一会儿呆，然后就告诉我这个人算是我抓的。四哥，你认识他吗？”徐四说：“他不认识，这次从全国各地调来好多帮忙的，谁能认得全啊？”与此同时，在酒店的某处，张楚岚与伊利亚正在走廊里谈话。张楚岚对伊利亚说道：“这次无论你们想干什么，但我们的人替王挡下了刺客是事实，你们欠我们一个人情，告诉我当初雇佣你们的人的任何情报都行。”伊利亚无奈地回道：“又是这件事啊，我都和你说过了，关于雇主的消息我无可奉告，我最后跟你说一次，不透露雇主的消息是我们对雇主的承诺，我们之间只是金钱上的交易，而且为了避免麻烦，我们只了解任务相关的信息，对于雇主的事我们根本就没有问过，所以我真的没什么可对你说的，以后你也不要再纠缠我了，我现在的职责是王的守卫。”说完便开门走进了大厅。而此时的大厅中，各方势力的高层都汇聚在此，那个神秘人则跪在中间准备接受审问。赵总开口说道：“就是这个人吧，没有经过任何的乔装和易容。”莉莉亚会长，这个人就是你的随行助理啊。莉莉亚闻言甚是愤怒，他抓着助理的衣领大喊道：“拉瑞，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然而拉瑞却只是不断的哽咽，嘴里不断的重复着对不起。莉莉亚见状直接一个大逼斗扇了过去，怒吼道：“说对不起有什么用，赶紧交代。”可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拉瑞却表示：“你们杀了我吧，但请不要伤害我的妻子和女儿。”随后就开始了对众人不断的磕头：“我求求你们了，是我实力不足，实在是杀不了王。我知道你们在这里，我知道你们能听见我说话，求求你们对我怎样都可以，但千万不要伤害我的妻子与女儿。”我们的机智一批宝姐脚踢完了那森王后，还要一脸懵逼的假扮那森王。美国黄毛被他怼得一脸无奈，青筋暴起。小日本则更是鞠躬行礼，暗暗发誓不敢得罪，一定要搞好关系。可是真的那森王来了，他竟然撒腿就往。话接上集，莉莉亚恼怒的问向拉瑞：“你在和谁说话呢？你脑子有问题了吗？你的妻子丽莎她怎么了？”拉瑞只好解释，大概是在一周前，在接到要陪同莉莉亚会见那森王的时候，拉瑞就收到了一件快递。快递里的内容是要拉瑞在与王会面的时候杀掉那森王，不然的话，对方就会杀掉丽莎和米娜。莉莉亚闻言大声问道：“你为什么不寻求别人的帮助？无论是警方还是咱们大地之子的兄弟姐妹，甚至你连我都要瞒着。”听到莉莉亚的质问，拉瑞连忙解释，对方在威胁当中透露了很多信息，他们对我、对你、对大地之子都很了解，最重要的是虽然我看不懂，但我可以确定刻在我妻子身上的那是咒文，他们不是正常人，他们和我们一样是异人，我不能用我的妻子与女儿的命去冒险，我只能按照他们说的去做。听了拉瑞的话，一旁的罗恩直接拍而起，随后就大声的骂道：“这是多么恐怖的暴行，拉瑞，虽然我很同情你，但不得不说你确实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接着他又对冯宝宝说道：“王，这个拉瑞还有他背后的人，我们
们被细摩斯一定会替您解决。此时一旁的赵总缓缓开口，罗恩先生请等一下，如果你说的解决是指常规司法手段的话，拉瑞的行为是在我们这里做出的，那怎么处理自然是我们的事情。可是罗恩却回道，当然不是通过常规的手段，你我都知道，对于咱们这样的人，动用常规手段的话是很困难的。被细摩斯和公司还有在座的各位，我们不正是因此而存在的吗？我希望大家给予我们被细摩斯信任，相信我们对于捍卫自由与正义的坚定立场，也相信我拥有捍卫自由与正义的绝对力量。当然我们也欢迎与各位的合作，让我们一起给王一个满意的结果。罗恩正在那边激情演讲，这边的冯宝宝却忽然开口，我没有不满意的呀，你给我啥结果呀？罗恩闻言呆立在了当场，一时语塞，随后便连忙解释，尊敬的王，虽然这人的做法可以让人理解，但他毕竟还是犯下了罪行，还是要接受制裁的。冯宝宝却是一脸问号，不是说不走司法程序了吗？那你说说他有什么罪啊？罗恩闻言又是一阵语塞，随后就强词夺理的说道，这是人类公识的罪行啊，为了自己的私欲去夺取别人的生命，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是不可原谅的，我们被西摩斯不能认同这种罪行。机智一批的冯宝宝突然恍然大悟，我明白了，原来你们被西摩斯从来都不杀人的呀。罗恩听到此话脸都被气绿了，憋了半天他大声喊道，我们是为了捍卫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我们是为了和那些恶魔战斗，我们是迫不得已的，我们杀掉了都是邪恶的。一旁的拉瑞这时突然开口说道，王，罗恩说的对，我确实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无论出于何种理由来刺杀您，这都是我做出的错误选择，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罗恩的话说完，屋里便陷入了寂静，我们的宝姐好像正在思考。没过多时，冯宝宝便不解地问道，挺奇怪的呀，他说你错了，你自己也说你错了，可是你到底错在哪呀？你们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哈？如果你最想要做的就是救出家人，而且你可以确定只有杀掉我才能救出家人，那你来杀我是对的呀，这错在哪呀？罗恩闻言不知如何回答，随后冯宝宝又继续说道，我懂了，这件事上他的错误应该就是没杀掉我才对。这一番言论又让众人陷入了沉思，接着冯宝宝又继续说道，对吧，我说的没错吧，得至少拎出两个点来，在这条道上才能聊对错吧。那个罗恩总是揪着一个点，对了错了的都给我弄糊涂了。这时赵总开口说道，尊敬的王，罗恩也是有自己的立场，自然说话也是有着他自己的节奏。而一旁的莉莉亚似乎明白了冯宝宝的意思，随后便向冯宝宝说道，仁慈的王啊，我知道这是个近乎荒唐的请求，但是我还是想请您不要追究拉瑞的行为，大地之子的所有人都会记住您的宽容，求您原谅拉瑞。冯宝宝闻言却反过来问道，原谅他什么呀，我又没有怪过他。此言一出让一旁的拉瑞大感意外，罗恩闻言连忙劝阻，他毕竟做出了伤害您的行为啊，您怎么能说不追究就不追究了呢？冯宝宝却不以为意的回道，都说过了，从他那条道来看他没有错，而从我这条道上来看我不想死，并且他也弄不死我。说到这里冯宝宝又转头看向了赵总问道，这是能走司法吗？赵总却回答道，很难。闻言冯宝宝瘫在椅子上，两手一摆说道，听见了吧，那这事还有什么可处理的呢？罗恩听完人都傻了，这人可是想要你的命啊，就这么草草了事了吗？赵总这时将话接了过来，起身说道，王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我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先寻找拉瑞的家人，在这一点上我想在场的各位都会帮忙的吧。冯宝宝闻言也指着众人说道，对哦，你们都帮帮他呗。而此时跪在地上的拉瑞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他暗叹自己不是人，竟然为了自己的私欲去杀害这样一位温柔的王。随即他就大声喊道，王，我无法形容对您的感激，我拉瑞发誓从今天起您就是除莉莉亚会长以外第二个可以指挥我的人，我的余生将在为您和会长效力和为家人复仇中度过。冯宝宝闻言却是淡然地回道，想给我干活可以啊，但现在还不知道你的家人是死是活呢，你付的哪门子仇啊，想要复仇那就等他们死了再说吧。此话一出，在场的几人忽然感到一阵冰寒，这时一直没说话的石川信却突然起身对冯宝宝说道，作为石川流的领袖，同时也是管理日本能力者的组织鱼龙会现任头目，我石川信对您的胸怀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而此刻躬身行礼的石川信却在心里想着，这位坐拥纳森的至高之王，如深渊亦如高峰，又如蛟龙般自由，无法让人去掌握去裹挟，至少与这一届的内森王之间的关系绝不能从我手里搞砸。可就在此时，开门的声音突然响起，在众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真正的内森王走进了大厅。张楚岚对坐在椅子上的冯宝宝小声说道，姐收工了别装了。看着从椅子上起身要跑的冯宝宝，石川信问道，王，你这是要去哪呀？冯宝宝闻言连忙回道，我不是王啊，其实我是骗你们的呀。几人听了冯宝宝的话，杀人的心都有了，合着这么半天你在这逗我们玩呢？一旁的拉瑞更是无法接受，刚才还发誓余生要为王办事呢，这怎么一下子就换人了？奈森王走进屋子后，看着一脸懵逼的众人，微笑着说道，各位真的很抱歉，不管各位能不能接受，我都会给大家一个完美的解释。没过多时，奈森王就在会议室召开了会议，讲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首先他承认了是他胁迫公司的人做出了欺骗大家的行为，一切责任都由他这个奈森王一人承担。他真诚地向大家说道，这件事是我的不对，在这里我向所有人致以深深的歉意，当然我这样做不可能是无聊到和大伙开玩笑，相信昨晚发生什么事大家都很清楚，其实我把大家约到这里只是为了通知大家一件事，因为金枝被人折断了。此话一出，下边顿时议论了起来，几位高层的表情也变得逐渐凝重。随后内森王又继续说道，我相信这里很多人都知道这意味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就是说我与那折断金枝的人之间能活下来的只有一个，能来参加这次会面的各位想必对我们内森岛多少都会有些了解，不过金枝被折断毕竟是几百年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我想我有必要再向各位说明一下。大家都知道我们内森岛王位的继承是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很简单，现任王死后神树会选择出生在岛上的孩子为新王，第二种则是以自愿挑战方式进行，任何人都可以发起，简单的说就是杀掉现任的王就可以成为新王。可我想提
醒各位的却是，不必带着过多的情感色彩去看待挑战者对我的刺杀，这只是王位继承仪式的一部分而已。从我成为内森王的那一刻起，我的生命就成为了这个仪式中的一部分，一切只是为了神树能够选出更配得上他的王。这个挑战者和我一样，也是王位更替仪式的一部分，而他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取得作为挑战者的资格，那就是他要去亲手折断神树的树枝，也就是所谓的金枝。金枝就是这个人挑战王位的资格，金枝的拥有者以任何方式造成我的死亡，都可以顺利成为新的内森王。神树以及内森位都将为新王所拥有。如果这期间我死于意外或者疾病，则挑战失败，新王便由神树选中的孩子继承。至于我的死亡是否与挑战者有关，这一点则是由神树来完成评判，非常公平。这就是有关王位更替仪式的详细内容。但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人都可以挑战我的王位，也就是说，不是只有一个人可以折断金枝。如果在场的各位也对我的王位有兴趣，欢迎各位随时来内森岛折断金枝。当然了，千万不要被发现，因为金枝已经被折断过，所以现在神树的守卫更加严密。现在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杀死试图靠近神树的人。总之，你们要记住，不管有多少人折断多少根金枝，想成为新的王，你必须是最终唯一活下来的人才行。我们内森岛的祖先与各位的前辈之间有过约定，那就是我们放弃曾经的土地，不再出现在各位眼前。相对的，各位也不能再找我们的麻烦。可其中还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我们王位的更替仪式不能私自进行。所以就是说，这场决斗需要在各位的见证下完成，对吧？金枝被折下了，可我还是需要完成之前的约定来与大家见面。不过我不知道挑战者的身份，贸然现身风险会很大，所以我胁迫公司的朋友假扮我与各位开了一个玩笑。我的本意只是想确认一下，对方是否已经知道了我的真面目。现在情况已经说明了，我的真面目也已经公开，那么也不必再试探了。王位更替的仪式现在正式开始。按照内森岛与这个世界的约定，整个仪式将公开进行，从现在开始一直到结束。内森岛对各位都是公开开放的，你们随时都可以派人去登岛查看，并且也不会遭到驱赶。当然，内森岛的危险大家都知道，如果打算来做客，还请确保自身安全。我这次离岛的目的已经完成，对于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糟糕体验，甚至让一些无关人员生命遭到了威胁，我无能为力，只能再次向大家道歉。最后能向大家保证的是，无论是我杀死了挑战者，还是被挑战者杀死，我都会尽快完成这次仪式。会议结束后，莉莉亚正在打电话叫手下去调查威胁拉瑞人的身份。挂断电话后，他对消沉的拉瑞说道：“大家都没有放弃，你自己也不能放弃。我相信你的妻女一定还活着。”然而拉瑞却回答道：“夫人并不是因为这个，我的一生从没有一刻像现在这样，哪怕是违心接受黑巫术时都没有过。我觉得现在的自己是异常的丑陋。”闻言，莉莉亚出言安慰道：“不要自责了，真正的王现身后也没有对你进行追究，而那个假冒王的女孩不也说了吗？从你的角度看，你没有做错什么呀，你也是被迫的呀，不要再苛责自己了。”拉瑞沉默了片刻后回道：“正是他的话才让我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在两个点组成的路径上才能谈对与错。如果我最想要的就是妻女的安危，为了他们我可以放弃一切，那我去杀人是完全正确的。可是除了我的妻女之外，我的人生就真的没有其他重要的东西了。我的良知呢？他对我难道就不重要了吗？从我的良知出发来看这件事的话，那我还能说出这件事我做的是对的吗？”与此同时的另一边，罗恩也将此事汇报给了组织。挂断电话后，他问向了身旁的贝西摩斯的上校：“这件事情你怎么看？”旁边的上校则是表示，他会亲自登岛来阻止这场血腥的杀戮。罗恩听到此话后冷哼了一声，随后就开心地说道：“真是难得呀，我们的英雄居然会跟董事会们的意见一致一次。”第二天，将王位更替之事公之于众后，内森王便打算回岛。可出人意料的是，他居然指定让冯宝宝去机场送行。临别时，内森王对冯宝宝说道：“冯宝宝是吧？你的拳头还真是重啊。”冯宝宝立马指着徐四说道：“是他交代的，谁找事就揍谁，和我可没关系。”闻言，内森王却有些费解地问道：“害得你替我遭到了刺杀，你怎么一点恨我的意思都没有呢？你可真是个奇怪的人啊！”见冯宝宝一脸茫然，内森王便抱住了冯宝宝，在他耳边小声说道：“真是抱歉了，把你也卷了进来。”松开冯宝宝后，内森王又给张楚岚等人道了一个歉，然后就转身离开了。可就在内森岛众人要登机离开时，伊利亚好像跟王说了些什么，随后就见他走向了张楚岚等人。张楚岚需要单独聊聊吗？张楚岚则说：“有什么事就直接在这说吧。”随后伊利亚便开口说道：“你当时问我雇主的信息，我确实是没什么可以对你透露的。不过你们这次确实给予了王很大的帮助，作为报答，我就透露一些我们岛上的事吧。作为内森卫的我和其他人不同，我对我们的岛民还是挺关心的，而且和那些没有身份的岛民不同，我有和这个世界沟通的渠道，其实我的消息还是蛮灵通的。岛上有一个人我一直很感兴趣，但我无论怎样都查不到关于他的任何情报，好像这个人在登岛之前就从没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一样。这个人的年龄、姓名、过往、能力，我动用了许多关系与渠道都依然查不到。我只查到他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都出现过，时间跨度至少有几十年了。但我唯一确定的是他曾经是你们这个国家的人。另外我还知道一点，但是说起这事就要从我们的一个岛民老王找他下棋说起。老王兴高采烈地对着一个洞穴大喊：“出来杀一盘那十七！”随后就见一个袒胸露乳的胖子从洞穴里慢慢地走出来。内森岛上洞穴里的胖子究竟是谁呢？为何老王又要称他为十七呢？此时这个胖子正在跟老王下棋，可是刚下到一半，老王就嘲讽了一句：“十七啊，你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了，还是个臭棋篓子。”说罢就掏出了包零食狠狠地咬了一口。十七见状问道：“你这是又去集市了吗？有了我的法子，你已经饿不死了呀，何必还要多此一举呢？”老王却边吃边回答道：“我这可不是为了填饱肚子，人活着总要换换口味的嘛，你也不用替我担心，我也不是好惹的。”十七闻言则说：“你就别在这跟我吹牛了，等你的身体发生了质变之后再说吧。我这个法子你学会的时间太短，也就是能裹个腹罢了。”随后
后十七又挠了挠头说道，不要以为在这里待了三年你就算适应了这里，另外给你个忠告，你要是没活腻的话就最好别再瞎逛。听到此话，老王哈哈大笑着回道，哎呦，真是没让我想到啊，你这么关心我的吗？十七则是拿起了颗棋子，一边犹豫着下到哪里，一边不解地问向老王，有个问题我一直没想明白，老王你怎么会来到这个岛上呢？会留在这里的不是无处可去的，就是有病的，要么就是身心都不健全的。可你是我见过的在岛上除了那些守卫之外内心最平和安定的人，我真是搞不懂你这种人怎么会来到这。老王闻言笑着回道，你都说了我是内心平和的人，既然内心都平和了，那在哪里还不都一样吗？随即十七又问道，我记得你以前说过你是个什么来着？老王接过话答道，用其他人的话来讲，我就是邪师，仗着自己的手段蛊惑人心，当时可是坑了不少人呢。听到此话后，十七一巴掌拍在了自己的脸上，随后无奈地说道，我这真是命够苦啊，怎么总跟你们这些邪魔外道有缘呢？老王嘿嘿一笑说道，就因为这样我遭报应了呀，所以现在也算是无处可去的人了呀。十七见老王这么说便嘎嘎大笑着回道，那这么看的话你待在这里倒也是活该了呀，总之还是小心点吧，能多活几年就多活几年吧，现在我的朋友还活着的可没几个了呀。闻言老王突然略显气愤地问道，你还拿我当朋友啊？你的身份与过往一概都不告诉我，你就是这么跟朋友相处的吗？十七沉默半晌后叹了口气说道，你就知足吧，这世上能叫我十七的人可不多了，我的事慢慢会让你知道的，三十年只要你再活三十年，三十年后我就把我的事全都告诉你。闻言老王大笑，你可别跟我开玩笑了，你知道我今年多大了吗？还三十年后告诉我，你确定我还能再活三十年吗？十七却淡定地回答，只要你不在岛上到处乱晃找死，活个三十年不是什么问题。老王这时调侃道，听你这意思就像是守着你就安全了一样。随后老王又突然认真了起来，暗指着远处潜藏的两人说道，我记得以前来找你的时候，这一带除了你可没有别的人了呀。而十七却说，不用在乎他们，这些人都没有恶意。老王闻言则是疑惑地问道，你就那么确定他们没恶意吗？已经打过交道了。十七则是目露凶光地回道，其实都无所谓了，我也不需要去确定，因为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在我这可一个都活不了。时间回到张楚岚送走那森王，得知了十七的消息后，这时的他正在向赵总请求前往奈森岛，但却遭到赵总的无情拒绝。张楚岚问向赵总，以利亚说的话您不会不理解吧？他故意将十七的消息透露给我，就说明他一定和马先红背后之人有关。可赵总却说，他当然明白这些道理，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随后赵总就问向张楚岚，你知道就在这短短的一天都发生什么了吗？现在包括鱼龙会、翡翠学院还有贝西摩斯在内的多家组织都要求我们分享冯宝宝被刺杀后酒店的监控。你知道这期间二壮和网络部的人拦下了多少次针对我们的网络入侵吗？其实他们对冯宝宝被刺杀的事根本不感兴趣，但面对如此严密的防守，冯宝宝还能遭到行刺，他们感兴趣的是那个拉瑞的能力。另外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就收到了一些消息，有人在散播刺杀和真假王的事件背后都是咱们公司在操控。也许在你的心中，马先红和他背后人的身份，或者说是假身和冯宝宝的事是最重要，但张楚岚你要搞清楚了，这个世界不是围绕着你和冯宝宝转的，我帮冯宝宝那是顺手，但如果你要是让我觉得不顺手，我就没有帮你们的必要了。再退一步说的话，不但是不顺手，你们要是让我感到棘手的话，后果你自己清楚。见张楚岚被自己一番话说的陷入了沉思，赵总也是让张楚岚坐下，语气缓和了些后又继续说道，我们找到马先红的家人了，不过他们一点都记不起当初的事了，所有人的记忆都出现了一段空白，他们也完全忘记了有马先红这么个人，而且马本在的继承人马元禄也彻底忘记了关于神机百炼的一切。你应该懂了吧，马先红背后的势力早在十几年前就存在了。听了赵总的一番话后，张楚岚低着头说道，赵总您说的对，您批评的都对。见张楚岚这样，赵总出言安慰，行了行了，你的心情我都理解，但做事得考虑全局，不是现在的局面很是敏感，所以我们不能轻举妄动。然而他话音刚落，看到的却是张楚岚那哭得梨花带雨的一张脸，这可给赵总吓了一跳，有些慌乱地说道，你这小子怎么说你几句还哭上了，至于吗？张楚岚却是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回答道，至于太至于了呀，都怪我，是我没替您考虑，可是您说我不在乎公司，我有点不服。赵总连忙问道，哎呦，那是怪我说错你了吗？随后张楚岚就诡辩了起来，公司是个什么呀，他就是个空壳，我怎么在乎啊？但是我在乎公司的人啊，三哥四哥还有大虎，尤其是您，对我那么好，我怎么能不在乎呢？您要是说我最在乎您，那是扯淡，但您可不只是我的领导，您更是我尊敬的长辈啊，我要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话，您怎么着也得排个前五前六吧。赵总连忙回道，哟呵，我还挺靠前的呀。随后张楚岚就撅着嘴委屈的说道，这次的事是我不对，是我的工作态度有问题，我以后一定改，您说我说的都对，可就是听见您说我不在乎公司的大虎，我这心里就感觉委屈。闻言赵总没好气的回道，怎么的，我还委屈你了呗，那用不用我给你道个歉，赶紧滚出去，别把那大鼻涕甩我沙发上。回到宿舍后，张楚岚唉声叹气的躺在床上，张灵玉凑上来骂道，张楚岚你能不能要点脸了，那些文书工作本来都是你的活，你好意思全甩给宝姑娘去做呀。张楚岚不耐烦的解释，师叔啊，你是有所不知啊，宝姐可是表格之神啊，况且我现在也没有心情去搞这些。就在二人说话的功夫，张楚岚的手机突然响起，原来是赵总打来的电话。接到赵总的电话后，张楚岚一下子就从床上弹了起来，让他没想到的是，电话里的赵总竟然要他以自己的名义去内森岛一趟。张楚岚连忙不解地问向赵总，为什么突然改变了主意？赵总这时解释道，之前不让你去是因为这滩水很平静，我们公司不能第一个把他搅浑，就算以观察员的身份登岛，你除了自保什么多余的动作都不能做。但是现在情况有了变化，就在刚刚贝西摩斯正式通知了其他组织，他们说奈森岛那种血腥杀戮的选王仪式是违背现代人类文明价值的，他们贝西摩斯绝对不能容忍，所以他们董事会做了一致的决定，贝西摩斯将登上奈森岛制止这场暴行，甚至还扬言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们将接管整个奈森岛。
号称世界警察的米国贝西摩斯，利用阻止奈森岛血腥选王仪式的由头，暗地里的打算却是想着接管整个奈森岛。也正是因此，赵总裁准许了张楚岚以个人身份前往奈森岛去搞一些小动作。此时的张楚岚正在公司查看着奈森岛上居民的资料。张楚岚这时在看的资料，正是在以利亚回忆中与十七下棋的老王。老王全名叫王国平，登岛时56岁，曾利用口舌之音的摄魂写法，以收徒的名义骗财骗色。事情被戳穿后一直在逃，期间他的家人遭到受害者的报复。3年前确定人已经登上奈森岛。资料看到这里，赵总忽然嘱咐张楚岚，你一定要把这些都记到脑子里。你可以向同行人透露相关的信息，但一定要注意不要让太多人知道你了解奈森岛的信息。看着屏幕的张楚岚不敢置信地问道，这些都是从咱们这里过去的人吗？好家伙，这都好几十年前的人了呀。赵总闻言则是回道，更早的也有，不过情报不在我们手里。你也知道登岛时会在奈森卫面前做出是否留下的选择，当决定成为岛民后，奈森卫便会调查这个人的资料，并且通知其所属的政权去注销留下来的人的身份。张楚岚这时又问道，那就没有上了岛后没被发现的人吗？赵总推了下会发光的眼镜回道，这个就不清楚，至少奈森岛单方面说没有这种可能。随后赵总就问向张楚岚，你是在怀疑以利亚口中的时期与假身之事有关吗？张楚岚回道，我不太确定啊，但是我的爷爷放弃了张怀义的身份，东躲西藏了一辈子，还有许昕像活死人一样在堂中里过了几十年，而这个在世界各地流窜了几十年的时期，甚至连纳森卫都查不到他的身份，很难让我不去联想了。说完此话，张楚岚转头问向赵总，这些资料里怎么没有奈森岛的位置？那我怎么去啊？赵总白了他一眼，你问我干什么呀？张楚岚听到此话顿时慌了，急忙说道，别呀赵总，您都让我去了就别逗我了呀。可是赵总却说，你可别在这乱说话呀，我可没让你去啊，这是你自己非要去的，跟我和公司可没有一点关系。咱们公司确实是有渠道前往奈森岛，但可这是公事专用，和你可没有关系。再说了，你要是连自己去奈森岛的本事都没有，那你还是趁早打消登岛的念头吧。另外提醒你一句，这是你可得抓紧了，王或者挑战者随时都有被杀的可能，这次可能会是一场持久战，但也可能就在我们刚才说话的公主王位就已经更替完成。如果仪式完成，新王诞生，那森岛就会再度封闭，到时候你可就再也没有登岛的机会了。离开赵总的办公室后，张楚岚便开始了打电话摇人，他打给的第一个人就是王爷。王爷得知了张楚岚的用意后问道，你这次不打算带灵域真人一起去吗？看来这次挺危险的嘛。张楚岚回道，是啊，整件事情的级别和我们以前遇到的完全没得比，而且还是在完全陌生的环境，说起来还真是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啊。直说吧，去的话就要做好全军覆没的准备啊，所以说我不舍得带上师叔。闻言王爷愤怒地回道，那我是真得谢谢你这孙子第一个给我打电话呀，你这是挺舍得我呀。听到此话，张楚岚却并没有在意，事情你已经都知道，这下你不去也不行了呀。王爷一听顿时满脸黑线，直接骂道，你这孙子是真他妈鸡贼啊，你简直就是鸡贼之王啊，但是我现在遇上了点麻烦，直接告诉你吧，我去不了。说吧，王爷不想再跟这碧莲再多做一句废话，便直接挂断了电话。得知了王爷去不了后，张楚岚便找上了陆家兄妹。了解张楚岚来由的陆林想了想说道，那这样就可以确定了，在24节古雇佣以利亚的就是马先红背后的人，还有他说的这个时期同样也很是可疑。一旁的陆玲珑闻言也连忙开口说道，哥咱们得去看看。陆林看了眼张楚岚说道，张楚岚你很守信用啊。可张楚岚却说，我可没有这么好心啊，这奈森岛可是个会送命的大坑，我和宝姐可不敢就两个人往里跳，这才想拉你们人头的呀，倒是你们可要想清楚了呀。陆玲珑则指着自己的眼睛说道，张楚岚你看我们的眼睛，对你的承诺我会一直遵守下去，只要是任何跟马先红背后那个王八蛋有关的事，你都必须要告诉我们，如果要动手你也必须带着我，我才不管你是什么动机，但至少你是对我们遵守的约定。另外你也不用担心怎么去奈森岛了，咱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一个电话就能搞定。说罢陆玲珑就拿起电话给一个叫藏龙的人打了过去，问道，你知道一个海外的异人之岛吗？可藏龙却说，啥异人之岛啊，不知道啊，我连听都没听过呀。陆玲珑不死心的又继续问道，一点都不知道吗？传闻也行啊，不用很准的消息。藏龙则答道，我是真不知道啊，我对玲珑你还能藏着掖着吗？知道肯定和你说呀。见陆玲珑要挂电话，藏龙急道，哎，玲珑你先别挂，要是真有这么个地方，你给我几天时间，我肯定能找到线索，要是时间来不及的话，那我给你推荐个人，他可能会知道的，如果连他都不清楚的话，那这个地方可能就是谣传了吧。这人就是药星社的曲姐，曲同这人你应该知道的吧，他的药星社和木游的小站算是咱圈里最大的情报组织了，不过小站基本只盯着国内，可曲同流过血，他回来后创立的药星社眼睛就不止盯着咱们本土，但他这个人很低调，你们说的这个地方要说谁可能知道，我能想到的就只有他了。陆玲珑闻言开心的回道，曲同的话我托人应该可以联系上。张楚岚听见了药星社和曲同则是感到有些耳熟，突然他想到以前徐三曾跟自己提过有自称药星社的人来找过他们接受采访，随即他便开口对陆玲珑说道，先别找这个曲同，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再说吧，既然这奈森岛是个邪门的地方，那咱就找邪门歪道们问问吧。说罢他便拨通了夏柳青的电话，正在逛超市的夏柳青接到电话后也是一脸懵逼，什么异人之岛啊，你个小猴崽子又准备要捅什么娄子吗？张楚岚一听夏柳青不知道，便开始打起了哈哈，没事夏爷爷，我这不就是随便问问吗，顺便也问候问候您二老，活泼也挺好的吧。夏柳青回道，挺好的，都挺好的。对了，你说这岛在海外是吧？你等一下呀。可是这时电话早已被张楚岚给挂断了，就在三人面面相视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时候，张楚岚的电话竟突然响了起来，而且还是一个未知号码。当张楚岚接起了电话后，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张，你是在打听奈森岛了吧？张楚岚一听这个声音连忙问道，你是巴伦先生吗？可是巴伦却回道，如果你要去奈森岛的话就来我说的汇合地点吧，我马上就要出发了。一个小时后，陆家兄妹外加宝姐一行四人便来到了汇合地点，而巴伦却已经在一艘船上等待他们多时了。上了船后，张楚岚问向巴伦，你是也要去奈森岛吗？
是不是跟贝西摩斯有关？巴伦则是回道，我对你去那里做什么一点都不关心，我只是觉得这么大的一艘船只送我一个人过去有点太可惜了。其实张楚岚没想到的是，找巴伦去奈森岛的是欧洲翡翠协会的理事威廉斯宾塞。得知了任务的巴伦却直接说道，这已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可斯宾塞却说，这都无所谓，你只需要尽快去一趟那里就好，无论你是否完成任务，我们对你以前的所作所为都不再追究。回到自己国家总是偷偷摸摸的，那感觉一定很不好吧。巴伦闻言说道，你真是个混蛋啊，你明明知道我去了那么有趣的地方，怎么可能什么都不做？威廉则是表示，不限于我拜托你的事，你在那里做什么都可以，主要是我对你那可恶的好奇心和旺盛的精力很有信心。这时巴伦问道，你这个老东西不会只找了我一个人吧？斯宾塞回答道，当然不会，但是你是我最看好的一个。而此时在巴伦的帮助下解决了登岛问题的张楚岚几人正在船上悠闲地喝着咖啡闲聊间，张楚岚开口说道，巴伦，我不打听你的事了，但你了解贝西摩斯吧？他们都是一群什么人呢？巴伦闻言淡淡地回道，你们管自己叫异人是吧？巫师、炼金术士、炼气士、阴阳师等，这些人不管能力多么与众不同，多么奇怪，但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所有人穷尽一生所追求的都只是个体的成长，咱们也只能去磨练自己，所以我们这类人组织的管理也只能由我们的同类来完成，因为一般人很难理解和应对这种对自己近乎折磨的古怪行为。可贝西摩斯却不同，他们把我们这类人当成一个课题去研究，他们的目标是以技术的手段去掌握我们身上那与众不同的力量，所以他们组织中的高层反而不需要我们这类人，他们会用其他的标准去筛选组织的高层。听到这里，张楚岚好奇地问道，那是什么标准呢？巴伦淡然一笑，吐出了一个字，钱。他们用钱和技术砸出的成果 SP， 这是一种能够激发人体潜在能力的药物，据说副作用极大，不能成功被激发人就会死掉。贝西摩斯麾下的艺人除了少数是被收买的，其他都是 SP 系列的产物，他们一直在想办法提高这种药物的成功率。据我所知，他们目前应该是出到第12代了吧。你听说过英雄肖恩吗？在我们艺人的圈子里，那可是明星级别的存在啊。传闻中他是 SP1 实验体中唯一的幸存者，而此时巴伦口中的英雄肖恩早已提前一步来到了内森岛的上空，已经开始准备去接管内森岛了。随着肖恩与小黄毛抵达奈森岛，各方势力也开始了暗流涌动，他们的领军人物也逐渐陆续登场，五花八门的技能狂轰乱炸。17、倒吊、李木玄，他们又都隐藏着什么秘密呢？奈森岛的神树又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呢？下面就请大家在小板凳上坐好，让我们一起擦亮双眼，在高燃高爆的内森天中寻找答案吧。肖恩在奈森岛着陆后，简单了解了内森岛的情况后，肖恩和黄毛便向岛的中心进发。路上，黄毛问向肖恩：“我们的第一步是什么呢？找到王吗？然后呢？告诉他们停止王的更替仪式吗？”肖恩回道：“不止这样，我们要守在王的身边，还要阻止他被刺杀。而且当刺杀者出现时，我们也要阻止王和未杀掉刺客，直到咱们公司的后续人员到来，以最温和的方式控制这里。”黄毛闻言意外地问向肖恩：“真是难得呀，你竟然会这么配合董事会那帮家伙。”肖恩解释道：“我确实不喜欢那帮眼睛里只有钱的家伙，但不可否认的是，公司确实拯救了很多人，只不过是他们要从中捞到好处才可以。”听到这里，黄毛惊讶地说道：“原来你相信公司是正义的呀？”肖恩却说：“我只是相信我看到的，难道你不相信吗？那你又为什么还要与公司合作？”黄毛笑着回道：“公司什么的都随便了呀，我只是相信你而已。”说话间，两人已经不知道跑出了多远。可就在此时，背后突然间一道攻击朝他们袭来，二人堪堪的躲过了攻击，下一秒就见一个土著打扮的人从树林中窜出，他嘴里咯咯的乱叫了一通后，就将手里的标枪射向了肖恩二人。肖恩自然是实力强大，轻松的几个闪身就躲过了这波攻击，而与他同行的黄毛实力也是不容小觑，只见他在躲避攻击的同时单手撑地，伴随着手掌拍击地面的轰隆一声，黄毛直接窜到了土著的身前，随后就是一掌拍上了土著的胸膛，只见土著瞬间就被拍得倒飞了出去。黄毛见被拍飞的土著稳住身形后，还想继续进攻，他连忙喊道：“朋友，朋友，你干什么呀？”可是土著嘴里却是呜里哇啦的乱说了一通，这种语言很少见，肖恩二人根本听不懂。见土著又开始乱叫，黄毛说道：“我们是没有恶意的，我们不想与你们发生冲突啊。”可土著压根不搭理他，随后就好像听土著喊出了两个英语单词：乐园、魔鬼。接着他身上的气就开始喷涌而出。就在他大喊着杀要发动攻击时，突然好像是遭受到了巨大的痛苦，呜呜的叫了起来，眼睛里还流出了泪水。随后就听扑的一声轻响，不知什么东西从他的脖子上划过，在肖恩二人不可思议的注视下，土著的脑袋竟然从自己的脖子上搬了家，他的身体也随之重重的倒在了地上。紧接着树林中就传出了有人哼歌的声音，片刻后就见一高一矮的两人从树林中走出，见到肖恩二人后，个子矮的说道：“抱歉，给你们添麻烦了，他把你们当成我们的同伴。”闻言肖恩怒吼：“你们为什么要杀他？”可矮的那人却反问肖恩：“你知道什么是珍贵吗？珍贵就是稀有，那么最珍贵的就是当某个存在消失的那一刻。”说到这里，他便举起了土著的人头，兴奋的说道：“这是世上某个稀有种族最后的移民了，托他们的福，我想用到了这世上最珍贵的那一瞬。”此时高个子居然认出了肖恩：“这不是我们的英雄和小虫吗？”同时肖恩也认出了此人，恶狠狠的说道：“屠夫吗？能和你走在一起，我对这个疯子的行为不感到意外了。”但这时屠夫却说：“我看见你可是很意外的，我想倒吊看见你应该会很开心吧。”听到这个名字，肖恩眼神突然变得犀利了起来：“怎么，他还活着吗？”矮个子这时问向了屠夫：“怎么你们认识？”屠夫说：“都是老朋友了呀，几个自以为正义的蠢蛋而已。”闻言矮个子打量了下肖恩说道：“那我大致能理解是什么类型了。”而肖恩却并不在意屠夫的评价：“我们这次来奈森岛并不是为了你，不过等我们制止了这次奈森岛的冲突，你们这群疯子为所欲为的日子也就到头了，到时我会亲手把你送回监狱的。”屠夫对肖恩的话也毫不在意，扭了扭脖子说道：“平三，你那个叫
掉什么人法的东西，不会只能拿来切原始的猴子吧？这些虚伪蠢货的头能切得掉吗？平三回道，就是因为切了太多蠢货的头，所以才会到这里来的呀。而此时屠夫的身体里突然传出了一阵难听的骨骼摩擦的声音，随后就见他身上的肌肉忽的隆起，紧接着皮肤也变成了绿色的鳞片。变身完毕后，屠夫说道，那就把他们的脑袋也一起带回去吧。而平三却看着变了身的屠夫感叹道，真是华丽的变身啊，看几遍都不会腻啊，就像奶奶口中的妖怪真的出现在眼前一样。说罢平三也用出了他的招数人法莲幼绒，两人一前一后的向肖恩二人攻去，而肖恩面对攻击也是毫不示弱，直接挥起拳头迎了上去。与此同时，纳森岛的中心处，内森王将所有内森卫都召集了过来，看着眼前的纳森卫贝斯迪亚、安东尼、古纳、加西亚、华金娜、阿方索，当王的目光从众人身上一一扫过后，却发现缺席了两人。于是内森王便向众人问道，伊利亚和伊莲娜呢？阿方索闻言赶忙回道，伊利亚在和乐园的人在沟通，然后又欲言又止的说道，伊莲娜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阿方索的话音刚落，就看大厅中的空间一阵扭曲，随后伊利亚和伊莲娜便同时出现在众人的身前。伊利亚向王炳告道，现在除了我们，岛上能称为组织的力量都表态了，岛民中彻底皈依神术和您的神明都愿意为内森而战，而北方集市的人则明确表明了不想被牵扯在内的态度。南方乐园的那群人现在还没表态，因为他们的首领道调有一个要求，那就是道调要求与您单独在乐园见上一面。听到此话，王青哦了一声，没有过多表示。可是王身边的一个小孩却怒吼道，不行啊，连我们都知道那是一群疯子，王您不能和那些家伙见面啊。随后这个小孩就指了指自己说道，我们也是内森卫啊，我们也可以为您而战的呀。王闻言淡淡的说道，谢谢你的好意，不过还是请你们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吧。这时伊利亚走了过来对他说道，你们还不是为，你们只是为的后补，你们现在的职责不是保护王，你们现在该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在长老们的帮助下变得更强大，然后静静的等待我们中的某些人死亡，之后自然会接替那些人成为卫。王这时突然开口说道，看来有必要去一趟乐园了。一旁的安东尼这时出言提醒，王您别忘了更替仪式已经开始了，刺客随时会出现的。王却淡淡的回道，如果我的死亡能够让仪式结束，能够阻止那些外来人让这个岛重新封闭，那我现在就会让你们远离我，一个人等待刺客带着金枝的到来。可是即使仪式结束，岛重新封闭也阻止不了那些人了吧？他们就是想和当初一样，让森林之国彻底消失，而阻止王的更替仪式只不过是个借口吧。说完此话，王便闭上了眼睛，感受了片刻后说道：“我感受到了，南边的岩谷里聚集了许多人。”阿方索闻言急忙说道：“王，让我们跟你一起去吧。”可王却拒绝了他的提议：“那个人不是让我独自去见他吗？你们全都留在这里吧，不要擅自行动。”阿方索看着王一脸认真的态度，只好领命。随后王又继续说道：“那边的气息虽然很是复杂，但那是多么旺盛的生命力啊，确实是值得我去一趟的。”话音刚落，空间就一阵扭曲，王的身影也随之消失在了空气中。在奈森岛乐园的某个角落，一个罐头被擦的一声打开，就在男人要开心的要咬上一口罐头中的肉时，可下一秒到嘴边的肥肉竟然脱嘴而去，原来是一个青蛙脸伸出了长长的舌头将肉给卷走。见状男人大吼着，赶紧还给我，你这个混蛋，说话的同时身体也向着青蛙脸扑去。听到响动，乐园领地的各个角落纷纷走出了一些人来，见有热闹看，就有人大喊道，杀了那个肮脏的家伙，至于是哪个肮脏的家伙就无所谓了。可就在二人要大打出手的时候，两人面前的空间突然一阵扭曲，随后就见奈森王凭空出现在了两人中间。奈森王看了看四周的环境说道，这里就是乐园吗？道调，听说你想见我，我来了。刚才还打算大打一场的二人，见到是内森王后说道，王，是真的内森王吗？看上去还挺可口的嘛。可是他的话音刚落，就听到一个声音传来，拜托，离我的客人远一点好吗？两人一听到说话人的声音，瞬间就被吓得脸色铁青，随后就二话不说直接撒腿就跑。王则是抬起头对刚刚说话的男人说道，初次见面，道调，可是在这座岛上我是无法成为客人的。道调闻言好奇地问道，你都没有见过我，就能确定我是道调吗？看来伊利亚把我描述得很详细啊。内森王则回道，我不需要听别人的描述，因为你是这里所有人中拥有最旺盛的生命力的人。道调好奇地问道，你能感知到生命力吗？王没有说话算是默认了。这时道调一边向王这边走来，一边继续说道，我想我的要求伊利亚应该已经向你传达了吧。王则回答道，我这不是已经来了吗？那么你的答复呢？可道调却说，我为什么要和你们一起对抗贝西摩斯呢？请给我一个理由吧。其实我最想要看到的是混乱，现在奈森岛马上要面对的可能就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混乱，我为什么要帮助你们呢？奈森王不答反问，你最想要看到的是混乱，你就这么笃定吗？看着一脸疑问的道调，奈森王又继续说，你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可不是这么告诉我，我在你身上看到的只有彷徨。道调闻言若有所思地说道，你知道吗，我到现在都不能确定你究竟是谁，都说内森王是内森岛的一切，所以我一直对内森王非常的好奇，如果你真的是内森岛的一切，就这么轻易的一个人来见我，恐怕是有点草率了吧。话音刚落，一把小刀就出现在了道调手中，随后他人瞬间就也来到了内森王的身后，他将手中小刀抵上了内森王的脖子说道，如果你真的是王的话，那我现在就做一个实验吧，你说我现在把你的头切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王将道调的手从脖子上拿开，笑着对道调说道，真要这样做的话，应该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吧，况且在这里切了我的头也有些浪费、说罢内森王就发动了瞬移的能力，两人瞬间消失在了原地。当再次出现时，二人已经出现在了神树的面前。那森王这时对道调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说道，既然你想要切了我的头，那就请在神树面前完成吧。王带着道调走到了神树面前，他指着神树对道调说道，你去折断一根金枝，然后再来砍下我的头吧。你不是说你对王很好奇吗？那就成为新的王吧，只有这样你才会了解一切。道调则是看着传说中的神树说道，我听说金枝已经被折断过了，如果你活腻了何必来找我呢？等着刺客到来不是很好吗？王解释道，我当然是不想死，我也想在金枝的仪式中获胜，我也想继续作为王
活下去，可前提却是没有外面世界的人的入侵。跟这个比起来，我还要不要作为王继续活下去一点都不重要。据说以前确实有过拥有强大力量的王，可惜我并不是，我除了神术之余的特权之外可以说是毫无力量。而你不一样，我能感觉到你的强大，这种时候你或许比我更适合成为王。道调闻言问道，我杀了你那僧位会甘心被我接收吗？王回道，他们并不是忠于我的，他们是忠于王的。道调这时又问道，难道你不怕我干掉你之后会连同这棵树把整座岛都献给贝西摩斯吗？我要是这样做了的话，估计我以前所犯下的罪行都会被赦免吧，到时你现在所做的一切也都失去意义了呀。真是让我想不到堂堂的内森王会是这么愚蠢的人了。可是王听到了此话却没有一点担心的样子，只是淡淡的回道，你可以试试。道调见状也不再嬉皮笑脸，认真的问了句内森王，内森王到底是什么？王解释道，成了王之后，除了将获得神术赐予的特权外，你将继承神术以及神之国度的先王们维系了千年的意志，这个意志会驱使你不惜一切代价把神之国度以及神术流传下去。我相信你有你的骄傲，也相信你拥有能够战胜神术意志的能力，你尽管去试试吧，如果你赢了，神国就可以任凭你的处置。道调听到王的话不屑的回道，原来被选中的人就是这个意思，那森卫也是受这个意志支配才会无条件忠于王的吗？原来你们都是这棵树的傀儡啊。闻言王淡然一笑，可我并不认为我们是傀儡啊，我们只是被选中以这种方式生活罢，半点被支配的感觉都没有啊。听到此话，道调又继续嘲讽道，被支配还不自知，这样的奴隶我还真是头一次见到。可王却发出了一声冷笑，恐怕你是对这件事有误解吧。跟你说实话吧，神国成立至今，任何一名内森卫只要是对自己的使命有一丝迟疑，都可以选择放弃，由其他人接替他的位置，并且还不会遭受到任何的惩罚。而王也是一样，只要我有一丝退缩，完全可以终结神国，根本不必接受更替仪式的生死考验。然而这数千年以来，在这个伟大的意志面前，没有一个人退缩。这个意志确实影响了我们，但我们却不是没得选。只要我们有任何的不快，都可以随时选择放弃。可惜我们并没有任何的不快或不幸。你们不懂，当一个人的人生有了无比清晰的道路时，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时，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何而活时，那是一种多么幸福的感觉。看着一脸幸福的内森王，倒掉一把抓他的脖子，小姑娘，你被洗脑了呀，应该还是从出生起就被严重的洗脑了。王艰难地开口回道，倒掉，你有选择不以英语为母语的权利吗？倒掉闻言沉默了，抓在王脖子上的手也松了开来。王这时又对倒掉说道，我没有强迫你的能力，我也不知道你最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我只是单纯的想请你为内森而战，如果你觉得这里还值得你待下去的话。之后两人便不再说话，倒掉也陷入了沉思中。可就在此时，倒掉的卫星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就听平三的声音从电话中传出，听得见吗？倒掉，你的老朋友肖恩很凶啊，屠夫已经折在他们手里了。倒掉听见肖恩这个名字顿时兴奋了起来，他来了呀，哈哈，我怎么一点都不感觉意外啊。放心吧，屠夫落在他手里没有危险的。挂掉电话后，道调对王说，送我回去吧。可刚走出了几步，他又突然转过头对王说道，我只会为自己而战。片刻后，王带着道调传送回了乐园的地盘。道调看着内森王这神奇的能力问道，这种移动方式就是你作为王的特权之一吗？王则是回道，只要是在内森岛上我和卫都可以做到。道调好奇地问道，那你作为王的专属特权又是什么呢？王回答道，任何人进出这座岛我都能够被动的感知到，当然我要是不嫌累的话也可以去主动的感知岛上的每一个人，可是之前却有过几次明明感知到了有人进岛，但进岛的一瞬间我就再也无法感知到，那森卫也没有找到他，也就是说这座岛上很可能藏着你我都不了解的怪物。道调闻言则说，这就是这里最好玩的地方。沉默了片刻后，王又感叹道，自从开岛以来登岛的外来人真是格外的多呀。道调回道，恐怕都是冲着你这个内森王来的吧。可王却说，那倒未必啊，外来的岛民过往大多都不平静，借着这开岛的机会，他们的过往会引来些什么谁也说不准啊。但只要不是冲着王宫来的，这些也都无所谓了。与此同时的另一边，十七正与老王在面对面的冥想，可是树林中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惊醒了老王，老王连忙朝树林望去，原来是一群人正朝他们这边走来，眼见来人气势汹汹，老王连忙向十七说道，十七，来了一堆人不知道干嘛的呀。十七闻言缓缓抬头回道，我这里可是好久没这么热闹呀。这时来人中走出一人对十七说道，我们来接您了，阮风大师。十七听到来人叫他阮风，脸色立即阴沉了起来，随后就缓缓起身对来人说道，上了年纪我有点耳背啊，小伙子，刚才你说的那个名字我没听清，你能再说一遍吗？十七站起身走到来人面前说道，小子你再说一遍试试。五子开启防护光照接口说道，试试就试试，阮风大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将半个脑袋藏在黑色煞气中的十七嘿嘿一笑，冒蓝光的小伙子，你说的没有错，正是在下。话音刚刚落下，只见十七张开血盆大口狂吼一声，从这一口洁白的牙齿就能看出十七平时口腔护理做得很好。只听见坑的一声，十七已经瞬移到了五子身后，此时的五子呆若木鸡一动不动。十七回头用膀胱轻轻一撇，嘴里还咕叽咕叽咀嚼着什么，从嘴角流出的血迹不难猜测，刚才肯定发生了诡异现象。此时在反观五子，他也是一脸震惊，将他震在原地，仔细观瞧，他的脖梗处已经少了一部分，鲜血还在不停地向外喷涌着。五子也是一位狠角色，既然这样那就干脆死了吧。四肢一挺，扑通一声已经重重地倒在地上，十七连看都不用看慢慢离去。趴在地上的五子内心正在挣扎，心中想说我还不想下线，还能抢救一下，奈何只能张嘴喷血无法说话。老王看到十七胖已经动手了，连忙叫住十七，可刚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十七背对着老王说道，快走，走得越远越好，如果还有机会我再去找你玩。老王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他人生格言就两个字，仗义。非
非常干脆地回答了一句好的，便转身就走，一丝拖泥带水的痕迹都找不到。一行六人还剩五个，同时也很惊叹阮峰瞬间吃人的能力，护身法器形同虚设，像纸糊的一样。很明显，刚刚吃人这位是荣耀百星王者级别。五人之中纵欲过度的男子说道：“那是必须的，毕竟他可是假身八位前辈之一，就算我的师长在他面前都是小卡拉咪。但是话说回来了，不想当裁缝的士兵不是好厨子，受人所托，明知不可为也只能硬着头皮上。没办法，我们几个人只好动粗，领教一下阮峰大师到底有多粗。”十七听到此话，更是要乐开了花，咧着大嘴说道：“那就请几位释放自己的括约肌吧。”首先上场 battle 的就是这位肾虚光头，非常有礼貌的说道：“阮峰前辈，小子桃山宫有礼了。”十七眯眯着小眼睛说道：“是谁派你们来的？”桃山宫恭敬的回复说：“您跟我们走一趟就知道了。”听到这个回答，十七很不高兴，后果会很严重，黑口黑脸的说：“我愿意见的人不会跟我玩虚的，你不讲就算了。那么接下来请绽放你的菊花吧。”话音刚落，一只蒲扇般的大手带着残影向桃山宫抽去，桃山宫也瞬间开启护身法器，绿色的光照包裹住全身，一声爆响，十七的大手正好拍在了光照上，拍在光照上的手掌并没有离开，在手掌与光照接触的地方，咕咚咕咚发出了溶解的声音。眼见大手就要穿过光照，桃山宫马上按了一下法器开关，随着开关按下的同时，光照也慢慢消散开来。十七的巴掌没有光照阻挡，快速向桃山宫头上抽去，后者反应也很快速，一个侧头躬身轻松躲过，一记正抽没有打到对方，这让十七有些生气，随后使出回手掏再来一记反抽。不过桃山宫也不是战斗力为零的渣渣，在躬身低头之时又用出了滑步后移，躲过了十七的攻击范围。还未等十七收招，桃山宫后退之时又蓄力前冲，十七也立马变招，化攻为手挡住黑虎掏心的一掌，这蓄力的一掌力度可不小，震得周围的空气四散开来。桃山宫一招剑攻顺势借着反震之力脱离阮峰的攻击距离，此时再看十七的手臂已经肿胀，红色的光晕正在慢慢破坏皮肤下面的肌肉组织。作为王者级别的十七，这等手段还真不得行，右臂一挥将体内暴虐的气劲排出。这时他自言自语说着，疑惑的想：这是如意镜吗？不太对，这小子姓桃啊。不出意外解惑的来了，桃山宫说道：这是通臂金刚，本来那一下气劲是要破坏你的肌肉，没想到您竟然把我打进去的力量都弹了出来，阮峰大师真是了不起啊。十七微微带笑说道：我特么用你夸我呀，通臂金刚的大师我见过几个，你小子的手段比那些所谓的大师还牛啊。桃山宫也很自豪的说道：那是当然，不是我吹牛逼，想当年就刚刚用的那一招我师父都接不下来，如果不是经历了脱胎换骨，我们这帮小辈也没机会在你面前卖弄。十七也非常赞赏桃山宫，不仅是他，还有另外几个，不知道是处事不惊还是吓得不能动弹。他越想越兴奋，用舌头舔了舔下意识流出的口水说道：你们这帮邪门的小鬼估计会挺好吃的。这时桃山宫看着自己手掌发现了异常，只是轻轻接触了一下，手掌就有强烈的灼烧感，反应过来的他立即提醒小伙伴：阮峰大师的手段能够消失一切有机物，就算是护身法器也只能挡住一瞬间，大家自己小心应对。十七看见自己的能力被看穿，还被这帮小辈分析来分析去，心中有些火大，于是下一秒就消失在众人面前。桃山宫也是惊讶，对方那么胖可速度一点都不慢。此时的十七已经出现在了桃山宫的上空，长着角毛的脚掌已经悬在了头顶。桃山宫看着即将落下的脚掌，都能闻到一股酸臭的恐怖威压。五人丝毫不敢怠慢，纷纷跳起躲开这暴力的一击。刚刚躲开攻击站定身形的绿衣小伙咒骂道：大家都说阮峰大师与端木前辈是以德服人，根本不爱动粗，这明显特么的是骗人的。因为刚刚下落速度太快，十七眼睛冒出的光芒在空气中划出长长的拖尾，有点反浩克装甲的意味。随后非常帅气的说了一句：我还真有点好奇你们的主子是谁了。绿衣小伙阴恻恻的说：阮峰大师您别着急，等我们抓到您，您自然会见到的。随后就从裤裆里掏出一条条形物体，口中还不停的念叨咒语：大威天龙大罗法咒，俺妈的巴迷轰死你丫挺了。只见他手中的条形物体如长蛇一般飞啸而来，十七边在空中躲闪边说道：虽然我不是金宝，但我同样是个灵活的胖子。在躲避攻击的同时，十七也发现了对方用的又是一件法器，这年头法器怎么像大白菜一样多了吗？突然的念头让他想到了一个人：穷人靠变异，富人靠法器，你们的主子姓马吧。绿衣小伙沉默不语，只顾着挥动手中的法器向十七攻去。看着难缠的绳索法器，十七也没有了耐心，直接站在原地不动。当法器攻来的时候，直接把手臂探了出去。绿衣小伙看到阮峰被自己的法器控制住，高兴的大喊：他的气息已经被我……此时的绿衣小伙显然有些不自信，抱有怀疑的口吻说：他的气息已经被我封住了吧。而此时的十七犹如魔人布欧一般向外冒着粉色气体，随后原地开旋，用力一拉，大喊一声：你过来啊！十七准备给玩脱了的绿衣小伙上一课之时，一道黑色的影子穿入二人对战之间，将绿衣小伙救下，为躲避偷袭攻击，十七只好松开了法器。当黑影站定，才发现是五人之中的一人，此人黑气缠绕，控制着像蛇一样的怪物。黑气小伙这时也念起了咒语：天灵灵地灵灵，凶灵现身任我行，妈妈咪呀给我上！无数黑色凶灵从四面八方向十七包围而来。十七看着满天飞舞的凶灵，不屑道：要不是认识二十二，还真被你给吓到。还没等话都说完，凶灵已经快要冲到十七面前，可十七不退反进，直接冲进黑气之中，同时高喊一声：我来好啊！不对，应该是我来吃。十七边吃边说道：不过区区阴煞之气，我是能吞掉的。黑气小伙看着眼前如饿死鬼投胎的阮峰，心中默念：虽然来之前就猜到结果，但差距实在太大。之后对着身后的戴帽小伙说道：如果你再找不到阮峰的破绽，那么一手凉凉就给我们五人送行了。此时的戴帽小伙也严肃起来，嘴中慢慢吟唱起来：南无摩罗天子。此术正是与无限阅读并驾齐驱的上古禁咒。而十七能否在禁咒之下活命，被好朋友欺骗是什么样的感觉？老王这个不要脸的为何要出卖十七？大家不要着急，请听我娓娓道来。十七正与几个小卡拉咪如火如荼对
战之时，在不远处树林中有两个人说道：“怪不得当初被特地叮嘱，只要看住这个胖子就好。这要是真的打起来，几个我也不够人家吃的。”另一个人冷哼一声说道：“就算现在要求我出手，都不敢上去。天知道岛上隐藏了多少无处可去的怪物。”此时戴帽小伙一直坐在石头上念着经文，其他人也都不再进攻，而是躲了起来。石七见状也是怒吼道：“小猴崽子们，怎么一个一个的都躲起来了？你们倒是上啊，我还能吃十个！”戴帽小伙无动于衷，还在不停的念呀念。石七大骂道：“这个烦人的东西，你乌拉乌拉的，难道还能念死老子不成？”不过话说回来了，这调调好像很熟悉啊。石七再次躲开一个背头小伙的偷袭后，回头看见高高跳起的小伙，暗自说道：“这声音真的好像在哪听过。”这时石七的眼前一片炫光闪过，突然发现跳起来的人是吴根生，点点回忆瞬间从脑海涌现。吴根生手拿酒坛跳落下来，边喝酒边对他说道：“怎么了？石七在这发什么呆呢？是不是被25吹的牛给吓着了呀？”此时无漏金刚在一旁嘲讽道：“一个手艺人在这说什么自己如如不动，就连大哥都不敢这么说，马本在怎能受得了这等嘲讽？”开口反驳道：“手艺人怎么了呀？别瞧不起手艺人，实话告诉你，咱们手艺人手里有活的时候就是此心不动，除了手里那块料，咱们心里就没别的东西，就算是天上下刀子也别想乱了咱们的心。”吴根生闻言笑着说道：“说得好，那我今天就好好考教考教你。我跟大伙做个小游戏，我给大伙念一篇经文，谁能完整的听下来还能此心不动，那我吴根生便服了他。”马本在听了便说道：“来来来，赶紧念，谁动谁就是王八。”吴根生嘿嘿一笑：“那大家可就听好了。”随后开始念了起来。南无摩罗天子，他念的经文与戴帽小伙所念的正是同一经文。无漏金刚听着经文脸色异常难看，突然他睁开了变得通红的双眼，对吴根生吼道：“别念了老四，赶快闭了你脸上那个会出生的坑。”吴根生此时也停止吟诵，一众人都不约而同的长出一口气。刚才叫的最欢的马本在还在宝贝宝贝的叫着，好一会才回过神来说道：“我是谁？我在哪？”无漏金刚看着吴根生说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刚刚念的应该就是那篇经文吧？”吴根生嘿嘿一笑，算是默认了。无漏金刚也是好奇为什么吴根生能不受其影响。吴根生解释道：“当年刚接触这个咒的时候，我也很难出来，不过时间久了自然就知道那都是幻境，我怎么可能留恋在幻境里呢？”张怀义则在一旁吼道：“你念的到底是个什么玩意？乱人心智指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还真不愧是个邪魔外道，外面那群人想弄死你真是一点都不冤。”吴根生听到这话也不生气的回道：“你说的确实对，这是我早年间得到的小把戏而已。”此时十七总算是彻底想起这经文是什么了，正是令人进入幻境的他自在天魔咒。可当他反应过来时，背头小伙手拿刺刀捅进了十七的肚子，生生又给软风大师人造个肚脐眼。此时插进肚子里的刺刀冒出紫色光晕，很明显是将毒素通过刺刀传入十七体内，疼得十七浑身冒汗。再反观背头小伙则是一脸淡定，其实他心里也一定怕极了。豆大的汗珠从十七头上落下，十分不解的怒吼道：“为什么你们不受这魔咒的影响？你们到底是什么人？”解惑小王子桃山宫又走上前来解释道：“软风大师，我们曾经都是迷惘混乱弱小无助的可悲之人，我在上集就说过，我们都已经脱胎换骨了，无论面对什么我们都不会再有丝毫的动摇。”有些虚弱的十七淡淡说了一句：“是这样吗？”然后身体上散发出粉色雾气，刚刚还是冒紫光的背头小伙这时已经变成了冒金光。十七随即死死地抱住了眼前背头小伙，让他动弹不得。紧接着一大片雾气挡住了众人视线，桃山宫见状立马提醒道：“快退开，这挥发的不是汗水而是消化液。”几人闻声赶紧后退躲开了雾气。随着时间流逝，雾已经慢慢散去，桃山宫无奈地说道：“还是让大师逃走了。”而之前被十七抱住的背头小伙已经被溶解的只剩下残骸了。此时逃走的十七正坐在大树下休息，肉体的疼痛似乎可以抵消魔咒对他的影响，看着自己又多出一个肚脐眼，暗自说道：“这毒素有巴豆的味道，那个背头小伙应该是唐门的。来的这帮人对我太了解了，如果说四哥是你派来的人我不意外，但绝对不是你，你不会让这些人这么对我。”另一边绿衣小伙抓起了地上的血，再将血放进一个小罐子里面说道：“这是软风大师的血，有了这个就足够了。”只见他蓝光喷涌而出，手上的罐子陆陆续续有蚊子爬出。绿衣小伙高举罐子大喊一声：“十七胖，你是逃不掉的。”随后蚊子嗅着血腥气息追进了森林。此时的十七还在树下沉思，拉着大脸不停地在想到底是谁要抓我呢。突然十七的眉头皱了起来，自语说道：“是那几个人的味道，来得够快的。”十七抬头看见了朝他飞来的蚊子，猜到几人正是靠着这玩意才找到自己的。他将虫子打落在地，随后转身继续向森林里跑去。他一边跑一边自言自语：“这几个蠢货就跟我在这个岛上耗下去，看看你们能不能耗得过我这个六库仙贼的拥有者。”突然他好像发现了什么，连忙刹车停了下来。他疑惑地转头向旁边的森林里看去，之后便说到：“这一身臭味，老王是你吧？我不是让你躲起来吗？别掺和我的事，你是不是活腻了？”老王这时也从森林中走出来说道：“十七啊，我怎么能不管你啊？和你成为朋友并找到你的弱点，可是我来这座岛上的唯一目的啊。”听到老王的回话，十七有点不懂，于是问道：“老王，你说的什么意思？”老王也痛快地回道：“十七啊，你说我们成了朋友之后，我在你不备的时候将你脑袋砍下来，成功的几率能有几成？”这时老王已经走到十七面前，尴尬地笑了笑，接着说道：“我是不会那样做的，我的任务是成为你的朋友，接近你，了解你。”十七胖听到这话，恨的是牙痒痒，恶狠狠地问道：“那这么说，你和他们是一伙的吗？”老王却一脸无所谓地回道：“不仅是一伙的，他们可都是我叫来的。”这时的十七已经在爆发的边缘，大喊着说：“兔崽子，我要弄死你！”而老王像完全没看见发火的十七一样，还自顾自地说着：“我叫他们来是有原因的，其实就想把一件这么多年来你都不想面对的真相揭开。那个早就活腻了的人，就是你自己啊！”十七，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处理你呢？在内森岛上吃的白白胖胖的软风，今天竟被人追得到处乱跑，肚子上居然还多了个肚脐眼。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竟然是他的好友老王。老王向阮峰坦白道，他其实来到这个岛上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他的弱点。闻言，阮峰很是疑惑，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老王一边走向阮峰，一边回道：“十七啊，你说咱俩成为朋友之后，我趁你不备，找个机会割下你的脑袋，你觉得我成功的机会有多大呢？”没等阮峰回答，老王又笑着说道：“但我是不会那么做的，因为我是被交代要成为你的朋友，接近你，了解你的呀。”听完此话，阮峰怒吼道：“你和他们是一伙的吗？”老王说：“不仅如此，这些人也都是我叫来的呀。”阮峰闻言顿时火冒三丈，立即就想动手将老王弄死。可是老王却像是认定了阮峰不会对他动手一样，淡然说道：“其实我叫这帮人来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想把这么多年来你都不愿意面对的真相揭开。你平常不是总说我是活腻了吗？其实那个早就活腻了的人应该就是你自己吧。”听到老王的话后，阮峰陷入了沉思。老王见状又继续说道：“十七，如果我说错了或是哪句说的你不爱听，你都不用客气，可以直接一巴掌将我拍死。其实我接近你的任务就是找出你的破绽并把你带回去。为了这个任务，我可以随时去死，同时我也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这个任务，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感到一丝迟疑。就算这个任务失败了，我也不会有一丝的压力，因为现在的我是我这一生中最好的我。你知道这是怎么做到的吗？”“其实很简单，因为我已经把我自己的人生给放弃了。”老王的话音刚落，不远处就传来了桃山宫几人的脚步声。老王瞥了一眼他们，又向阮峰说道：“十七，你就不好奇这几个小子为什么会在你这个怪物面前如此淡定吗？我告诉你吧，他们和我一样也都放弃了自己，是那种彻底的放弃了。其实你十七也可以做到啊，难道你就不想试试吗？跨过这一步你会感觉到无比的轻松啊。这么久以来你一直都很辛苦吧，这么多年你不是真正的活着，你只是在熬。如果熬得住的话，你根本就不必从雪山的气局里出来了吧。看看现在的你，曾经与你结交的都是些什么人啊，那可是36个门中的俊杰啊。而现在呢，一个龌龊的骗子都能被你当成至交，难道不可笑吗？你已经拥有了接近长生的完美身体，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足以承受他的心，你终究还是被孤独打败了呀。”随后老王看了眼阮峰紧紧握着的拳头，又继续说道：“怎么，你还想再坚持一下吗？那就来吧，来把我们都杀掉吧。”说罢，老王就指着自己的鼻子说道：“我骗了你3年，想必你恨透我了吧？那就从我第一个开始吧。”阮峰闻言大声的喘着粗气，内心像是在不断的挣扎。见状，老王叹了口气，又继续说道：“你杀掉我们之后，可一定要保重，因为我们还会派其他的人来，他们会以你绝对想不到的方式出现在你的面前，而且你还要面临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你必须确保自己拥有面对漫长生命的意志，不然的话，很可能你会以一个对修行人来说最屈辱的方式收场。”说完此话，老王便把手搭在了阮峰的肩上，继续对阮峰真诚的说道：“我是真的不希望你以自杀收场了。”与此同时，在内森岛的另一边，石川信带着儿女以观察团的身份登上了内森岛。刚一上岛，石川间便发现周围有很多眼睛在盯着他们。林琴则是出言提醒道：“少爷，小姐，还是不要太过放松了，毕竟这里可是无法的凶恶之地啊。”石川间似乎对少爷这个称呼很是反感，对林琴说道：“天天少爷少爷的，你什么时候能改掉这个称呼？”闻言，爱子也出言调侃：“这有什么不好的吗？以后我也叫你兼大人吧。”就在几人的说话间，就听到一直在打电话的石川信忽地对着电话说道：“非常感谢您，罗恩先生，我以石川流掌门和鱼龙会会长的名义向您保证，除了那位先生之外，我们绝对不会在岛上做多余的动作的。”电话另一头的罗恩则是对石川信的态度表示非常满意，说了句祝你们一切顺利后便挂断了电话。挂断了电话后，罗恩身旁的眼镜说道：“你是真的慷慨啊，换了我是绝对不可能这么痛快的答应他们呀。”罗恩闻言回道：“我们完全吞掉内森，一点也不给别人剩的话，他们的面子也不好看。相信我，亚洲人尤其看重这个，这次是我第一次主持这么大的项目，一旦成功，我和咱们的家族在公司的话语权也会大大提升，所以我不能接受失败，一些无足轻重的资产可以让给他们。你看，我同意了公司接收除王之外的本国能力者之后，他们就已经主动向我们靠拢了，所以事实证明无论是怎样的恶犬，当他向你亮出肚皮的时候，就代表他愿意向你臣服了。既然他们这么听话的话，这些奖赏就是他们应得的呀。”这时眼睛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向罗恩说道：“对了，我们已经查到了是什么人向公司透露内森王将要遇刺的消息了，之后我们又顺着传递情报的人挖出了他背后的主谋。”说罢，眼镜就对着罗恩耳语了一番。得知透露消息之人的信息后，罗恩嘴角上扬，笑着说道：“原来是这样。”随后就哈哈大笑着说道：“既然是这样，那么内森岛就彻底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呀。”画面一转，又回到石川信之边。这时的石川间正不解地问向石川信：“父亲，这样做真的有必要吗？为了那位老先生，您竟然亲自到这种地方来，毕竟会里现在也不太平，那边还需要您坐镇的呀。前几天居然还有人偷走了会里的一大笔现金，敢对鱼龙会下手，这种事情已经很久没发生过了呀。”石川信闻言则是耐心地解释道：“中国有句老话叫千金买骨，鱼龙会就是一个力争上游、鱼化为龙的地方。现在我们正是求贤若渴的时候，何况我与这位先生早已相识已久，他可不是什么种中的枯骨。这位先生以及他的先祖本就是人中龙凤，我怎么可能会放弃他？你是将来要继承我一切的人，丢失一些金钱不算什么，你眼光一定要放得长远一些。”之后他们又走了一段路程，忽然发现前方有三人拦路。石川信看着前方的三人，客气地说道：“几位是岛上的居民吗？”在下石川信是以观察团的身份。可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其中的一个粉毛的怒吼声给打断。下一刻，一颗巨大的血球便从他嘴里吐了出来，眼看着血球就要撞击到石川信的身上。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啪的一声，血球竟被石川间一刀斩碎。三人见偷袭居然没有得手，立马就做起了下一波攻击的准备。只见三人中的白毛竟然将气都聚在了手上，居然具现出了利爪的样子，眨眼间就直接向石川信众人冲去。可还没等他冲出几步，就听一声刀鸣，就被一刀给直接劈了回来。原来是林琴阻断了他的去路，一招石川流将他打得倒飞了回去。可是林琴并没有停手，又瞬间冲到了白毛身前，一记逆打轰上了白毛，随即又用出了石川流佛指，就听突突突的几声，精准的打
上了白毛的周身大雪，彻底的封锁了他的行动能力。与此同时，另一边的红毛正准备再次蓄力喷出血球，可血球刚喷出，就被一道身影以极快的速度给斩成了两半。来人正是爱子，他的刀在斩断血球后威力却丝毫不减，直接在粉毛身上划出了数刀。这时一旁金毛的攻击也已袭来，他居然扔出了两块巨石，狠狠的朝石川信砸去。可一直在石川信身前的石川坚起会让其得逞，只见他摆出了石川流的架势，随后就看到了一个由密集的刀光所形成的大网，一招断水之斩出，巨石竟像豆腐一样被劈成了整整齐齐的方块。还没等石块落地，他便一个踏步向前，直逼金毛。呼吸间，石川剑的刀身上竟被一层奇异的光芒覆盖，同样也是一招佛指将金毛打飞。说时迟，那时快，其实这些都是瞬息间发生。收刀后，石川剑看着林琴夸赞道：“真是了不起啊，已经能用出这么完美的逆打了呀！”林琴闻言则是满脸通红的回道：“少爷，您过奖了呀。”可是话音刚落，林琴竟突然看向了身旁的一块石头。石川信这时开口说道：“望月先生，您这是何必呢？”见自己被发现，望月只好撤去了隐藏，现出了身形。随后望月便一边走向石川信，一边说道：“石川兄啊，你我虽说切磋过，但相会的场合都不大方便。其实我一直都想见识一下真剑状态下的你们是什么样子。今天我终于明白了，这就是石川流的佛剑了。对活物以生命之光辉包裹剑身，绝不会杀死对方，而对死物却以全力斩之。这么看来，确实是对付那个什么妖刀的技巧啊。”随后他又看着浑身被砍了不知道多少刀的粉毛说道：“这个就比较有趣了，挥剑之人绝非石川流。”见石川信肯定，望月继续说道：“这人是为了迁就你们的佛剑，刻意模仿了你们石川流的风格，可惜却不伦不类。不过也可以看出，本人的剑技也颇有值得称道的地方。”爱子闻言淡淡的说道：“让您见笑了，望月先生，我的名字叫柳生爱子。”望月听到爱子说出了自己的名字，赞赏的说道：“原来是石州斋的后人了，难怪实力可圈可点了。”这时石川信突然出声问向望月：“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吗？”望月回头看了眼石川回道：“我当然知道啊，你还真是顽固啊，可是我早已拒绝过你了呀。”石川信连忙解释：“那时的内森岛至少还是安全的，可现在森林之国的灭亡只是时间的问题了，你们难道要跟着一起陪葬吗？你说过你们内森卫虽然收到了神树的感召，但你们并不是没有了判断的能力，其他人誓死效忠王，我钦佩之至，但唯独你应该是个例外啊。你可千万不要忘了，你作为望月一族的分支，你们是为什么离开故土来到这里的呀？自从你们的那位先祖战死后，你们就拒绝了太多的征兆，之后又为了躲避那些希望你们效忠的大人物，你们才逃出来的，难道不是吗？你们先祖所侍奉的是号称第一强兵的人，即使背井离乡，也要把对那位大人的忠义贯彻下来吧。而如今的你却像一个小姑娘效忠，难道你打算要背叛你们先祖的遗志吗？回来吧，我这个世界已经变了，什么将军，什么大名，都已经不存在了，已经没有什么人能逼迫你们望月向什么人效忠了呀。即使你不愿意加入鱼龙会也没有关系，你们不用忠于任何人，请作为望月的物，自由地活下去吧，让望月家从星星旺起来吧。一旁的几人看着石川信说的慷慨激昂，爱子吐槽道：“弄得好像时代剧一样。”而此时的望月却一直看着说的唾沫横飞的石川信，他沉默了片刻后转移话题道：“既然都作为观察团来到了这里，那就和我一起去见见王吧。”随手望月便伸出手让众人抓住，可石川信却是异常执着，他一边抓住望月的手一边说道：“我是不会放弃的，那森岛怎么样我根本不关心，我来到这的目的就是为了你。”可是他的话还没说完，望月就已经带着众人传送到了王的宫殿前。看着守在门口的以利亚，望月问道：“王是在见人吗？”以利亚回道：“是的，夫人和那个老头都来了。”而此时的宫殿里，夫人正跪在地上对内森王说道：“王，虽然我的力量微薄，但此战如果真的无法避免，我一定会拼尽全力为你而战的，哪怕是战死我也会一直守护在您的身旁。”那森王闻言淡淡的回道：“很好。”可这句话却引得站在一旁的白发老头哈哈大笑。无奈见这老头对王如此不尊重，便厉声说道：“你这老东西有什么可笑的？”白发老头闻言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笑得更大声了：“哈哈，你们懂个屁啊，看着自己的外孙女装的跟个小大人一样在那坐着，你们还都王啊王啊的叫他，简直是太可爱了，真是要笑死我了呀。”听到此话，古奈被气得直接爆炸：“你个老混蛋，我忍你很久了。”王这时却开口劝道：“算了，这位李先生可从来就没有什么身为岛民的自觉，毕竟他在他的故土就是个无法无天的家伙，那里的人好像不是叫他全名李慕玄，而是叫他全姓吧。”李慕玄露出了一个算你识相的表情，嘿嘿笑着没有开口。可一旁的夫人却看不下去了，开口说道：“父亲，您怎么能这么无礼啊，您面前的可是内森岛上至高无上的王啊。”李慕玄听了这话咂了咂嘴说道：“老子他妈一生放荡，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丫头，你也不随你娘啊，你说你这是随谁呢？”说罢李慕玄便转身向外走去，他一边走一边说道：“行了，你非要拉我来看孩子，现在也看完了，你爱陪着孩子就随你吧，我就先走了呀。”夫人闻言在后边大喊道：“父亲，王现在需要你的力量啊，现在可是内森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呀。”可李慕玄却头也不回地说道：“世上的凡物都生于天地之间，自然都有始有终，传承了这么多年的森林之国，若是因为缺了我一个就会灭亡，那王就亡了吧。”走出门外后，李慕玄自言自语地大笑着道：“老子当年在故土都没赶上这么大的热闹，真是有趣啊，哈哈，早知道这个岛这么好玩，当年就应该趁着乱子多拉几个朋友过来，真是往事如烟呐，不知道当年的故人如今还有几个人健在呀。”而与此同时，那森岛的岸边一架直升机正在靠近，原来张楚岚几人终于是抵达了内森岛。下了飞机
后，飞行员对几人说道：“你们的事情处理完了联系我，我会来接你们的。但你们要记住，船最多在海上等你们一周，到时候不管你们是不是所有人都回来，我们都会返航。”张楚岚了解情况后对巴伦说道：“谢了，之后咱们就个忙个的吧。”可巴伦却没搭茬，因为此时他心里正盘算着，斯宾塞那个老狐狸连具体要他来做什么也没明说。不过权衡现在的局面，斯宾塞他们最希望发生什么也不是很难猜，而且巴伦也跟他一起来的人商量过，大家对动手的时机与行动方案分歧很大，最后的结论就是大家各自为政，互不干涉，甚至连认识一下的必要都没有。目前我可以说是没有什么事可做呀。想到这里，巴伦转过了头来对张楚岚说道：“我的人还没有到，我独自一人的话又不太安全，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可以跟你们一起走吗？”张楚岚经过了一番激烈的心理搏斗，决定同意让巴伦暂时跟着他们。可没等他们走多远，就迎面碰上了一个岛民，他手里拿着的正是张楚岚的照片。只见他确定了来人是张楚岚后，便对着对讲机说道：“虽然我不是很擅长分辨亚洲人的脸，但那个古怪的发型是不会错的。你要找的人来了。”就见他的话音刚落，以利亚就传送到了他身前。道了一声谢后，以利亚便直接朝张楚岚的方向走去。张楚岚看到突然出现的以利亚，刚要发问，以利亚却先开口说道：“你们赶紧抓住彼此。”见张楚岚一脸懵逼的表情，以利亚却说：“没时间解释了。如果你们是为了那个石器来这里的话，就最好按我说的去做。”张楚岚一听是与石器有关，便只好吩咐几人乖乖照做。随后以利亚便一把抓住了张楚岚，咻的一声，几人便瞬间消失不见。下一刻，几人已经来到了森林之中，刚一落地，便有人前来接应。见到有人接应，以利亚留下了一句：“交给你们了。”然后就二话不说，立马瞬移走了。看着消失的以利亚，张楚岚一脸大写的懵逼：“你们到底是在搞什么飞机啊？”这时街头人却在不远处向他们大喊：“快跟我来啊！”可张楚岚却很是反感这种被人牵着鼻子走的感觉，便开口问道：“等一下呀，你们到底是要干什么？说清楚了再走。”街头人闻言拉下了帽子说道：“石七已经被带走了。”张楚岚认出此人正是当时在24节谷与以利亚同行的人，暗道：“原来是这家伙呀！”便没再说什么了。赶路时街头人对张楚岚说道：“我的同伴在前面跟着，我不知道那些人对石七做了什么，反正结果就是石七放弃了抵抗，被他们装进了一个神奇的小球当中。”张楚岚闻言已经知道了来人是谁，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所有的事都恰到好处的走在他前面一步，就好像是一步一步的将他引向某个方向一样。之后几人便加快了赶路，不一会便看见了前方追踪的那人，顺着那人指的方向，张楚岚几人直接加速冲了过去。张楚岚边跑边将背包丢给了巴伦，留下了一句：“这是跟你无关，受累看下东西吧。”说罢人便咻的一下消失不见了。下一刻他的身形已经挡在了老王几人身前，见面后张楚岚也不多废话，直接发动雷法轰了过去。老王与桃山宫连忙侧身躲过了张楚岚的雷袭，陆林这时也瞬间现身，趁机一脚朝桃山宫踢了过去。桃山宫也不是吃素的，直接发动通臂金刚与其对轰在了一起，发觉到打进自己腿里的气，陆林也是一愣，随后便立即后退，将体内的气泄了出去。而此时我们机智一批的宝姐已经静悄悄地来到了长发男身后，只见他直接一刀就把长发男的护身法器给打碎了。当长发男发觉回头看去时，宝姐的下一次攻击已经准备好了，伴随着刀刃与护身法器的叮叮当当碰撞声，宝姐已经在他身上不知道砍了多少刀。这时一旁的陆玲珑却满脸懵逼地问道：“碧莲什么都不问清楚就直接动手吗？”张楚岚闻言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你还记得潇潇是怎么死的吗？”听到潇潇的名字，陆玲珑沉默了片刻，就愤怒地说道：“害死潇潇的跟这帮王八蛋有关是吧？”随后他就爆发出了惊人的气息。张楚岚瞥了眼陆玲珑，说了句：“速战速决”，便直接朝老王冲了过去。可老王却毫不避让，与张楚岚的掌心雷对轰在了一起。可哪曾想，张楚岚竟直接被轰得倒飞了出去。稳住身形后，张楚岚心中暗叹：“这老头好大的力气啊！”可还没等他再做反应，老王已经跟了上来。张楚岚无奈只能开启金光咒护体，可老王却没有发动攻击，居然向张楚岚喷出了一口大粘痰。巴伦见张楚岚要硬接，直接飞起一脚将张楚岚踢飞了出去。这时张楚岚才发现身上沾到唾液的金光竟然在飞速溶解，见状张楚岚只好将身上的金光散去。巴伦看到张楚岚的做法，赞赏的说道：“应对很不错嘛。”张楚岚却没顾他话中的嘲讽，直接问道：“这是什么玩意？”巴伦这时一边向老王走去，一边回道：“我不太确定，所以需要亲自确认一下。”随后巴伦又对老王说道：“老兄，你看上去脏不拉几的，可是身上却没有一丝异味啊。”老王闻言却笑着回道：“彼此彼此啊。”盯着眼前的老王，巴伦对张楚岚说了句：“你去对付其他人吧。”然后就拔出了腰间的短刀就欲动手，可还没等他出手，老王却先动了起来。只见他瞬间就出现在了巴伦的身前，张开大嘴就向巴伦咬来。巴伦微微侧身躲过了老王的臭嘴后，扭转身体一记鞭腿就踢上了老王的肚子。这一脚直接踢得老王口吐酸水，满天飞舞。巴伦知道这口水碰不得，只能再次侧身躲开。可老王却停下身形，手臂向后伸出，一把抓住了巴伦的手臂。这时就听到嘶嘶的声音响起，巴伦的手臂眨眼的功夫就被腐蚀得不成样子。巴伦见状，立马抽出手臂向后退去。他看着自己的手臂，淡淡说道：“原来你皮肤的分泌物也是有腐蚀性的呀。”然后便快速的用小刀将手臂上的烂肉刮了下去。老王看着巴伦这时已经完好无损的手臂，好奇的说道：“瞬间加速细胞的代谢，让正在被消化的组织脱落。你这手段谁教你的？”巴伦不答反问：“你又是谁教的呢？”老王闻言笑着答道：“应该是同一个人吧？是不是啊，师兄？”巴伦看着已经差不多恢复好的手臂，淡淡的说道：“那可不一定啊。”然后巴伦便回忆起了他当初得到这能力时的经过。
多年前，巴伦曾经执行过一次雪山搜救行动。当他们找到失踪的人员时，发现失踪人员无一幸免，全部遇难。可奇怪的却是，这些死去的人并不是死于长时间的饥饿，而是遭受到了某种重击，有的甚至连胸骨都断了。这时，巴伦身旁的金毛却发起了牢骚：“我们也并不比他们好到哪去啊！和营救队都走散了，更该死的却是通讯器还一直被干扰。无论我们怎么走，都绕不出这里。这里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巴伦却没有理会金毛的牢骚，而是指着地上的一具尸体说道：“你看这个人的姿势，他似乎是想要拼尽力气的爬向那边，可那边却什么都没有。”金毛却没把巴伦的话当一回事，沮丧地说道：“还是关心下我们自己吧，这回算是完蛋了，我们应该是出不去了。”说罢就将身体靠向了身后的雪堆，可哪曾想他靠的位置竟突然坍塌，人也跌入了山洞之中。在确定没事后，两人顺着洞口走了下去，没走多远，眼前的东西就令二人大吃一惊。在那山洞中赫然坐着一个人，而且此人并不是他们搜救的失踪人员。在这荒山野岭的，这家伙又会是谁呢？巴伦连忙上前查看了一番，诡异的却是这人竟然还存有生命体征，也就是说，在这冰天雪地还没有食物补给的情况下，这个神秘人竟然还活着。就这样过去了一个月，金毛此时正舔食着一个包装袋上残留的食物碎屑，随后他又把包里所有的东西都倒了出来，看着一地的东西却没有自己想要的食物，他开口说道：“完了，我们已经活不下去了，已经过去一个月了，看样我们是被他们放弃了。”一旁的巴伦闻言开口劝道：“我们现在需要保持冷静，激动的情绪也会令我们的消耗加大，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可金毛却没有再说话，不知道在想着些什么。到了晚上，外面还是照例飘着大雪，睡梦中的巴伦突然被一丝声响惊醒，只见金毛此时正大口喘着粗气，手里还拿着一把尖刀，站在了神秘人的身前。巴伦见状赶紧起身大喝道：“你要干什么？”可金毛却说：“这个人已经死了，但是他却能让我们两个人继续活下去。”巴伦闻言大骂他混蛋。金毛也是怒吼道：“你以为我想这样吗？你看看他，这都一个月了，他一直在这里纹丝不动，这是活人能做到的吗？或许他早已经脑死亡了，他只是一块新鲜的肉而已。”巴伦听到此话，直接就一拳打在金毛脸上，他握着拳头说道：“闭嘴你个蠢货，不要在这件事上跟我找任何的借口，不要试图去合理化这种行为。如果用这种思考方式去处理问题的话，你我根本就没必要从战场上退下来，在那里我们就能变成野兽。”金毛闻言瘫坐在了地上，喃喃地说道：“对不起啊朋友，是我考虑的不周全了。”巴伦转过身说道：“行了，别说了，别再无谓的消耗体力了。”可就在此时，金毛突然从巴伦背后袭来，一把将巴伦推倒在地上，手中的刀也向巴伦刺去，不过却被巴伦死死地抓住了手臂。金毛一边用力一边对巴伦说道：“现在才发现也不算晚了，我们本来就是野兽呀。”此时的巴伦大叫了一声，随即便一脚将金毛踢了出去。巴伦艰难地起身后，当他再望向金毛时，却发现金毛的头正好撞在了石头上，早已不省人事。之后又过了几天，这些天根本没吃任何东西的巴伦只能靠血来补充一些体能。当他吃完血后，便拖着沉重的步伐向那神秘人走去。他颤抖着掏出了一把尖刀。当他来到了神秘人面前，驻足了片刻后，经过了一番剧烈的挣扎，手中的刀还是举了起来。他大喝一声，哭着将刀扎了下去。只不过他还是没能狠下心来刺向那神秘人，而是将刀扎在了自己的腿上。随后他干脆就躺在了地上，嘴里也嚼起了刚刚割下来的自己的血肉，但却因为失血过多，他的意识开始了逐渐模糊，眼睛也越来越沉。恍惚中，他感觉有一丝丝的光点从天上落了下来，可他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只是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当他缓缓睁开双眼时，他才知道那温暖的东西竟然是那神秘人的鲜血。可这神秘人的鲜血却很奇怪，是那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味道，但是却又让巴伦觉得无比的甘美。他感觉自己的体内就像有一股暖阳一样，巴伦舒服地长出了一口气。随后他便发现自己竟然活过来了，体内随之也充满了力量，但是身体却热得不行，以至于就连他躺在雪地上的血都被蒸发了。神秘人见状撇着嘴说道：“这是虚不受补啊，给的好像是有点多了。”随后便又笑道：“哈哈，反正在这活下去应该是没问题了。”就这样过去了几个月。这天，神秘人与巴伦正在聊天，神秘人向巴伦介绍道：“我教你的技巧名叫圣人道，当然他还有个名字，那就是六库仙贼。不过你还真是个蠢材啊，都已经三个月了吧，你还是只能靠我的血才能活下来。”巴伦闻言回道：“我感觉快了，现在我每一次呼吸与吞咽，我都能感受到那蕴含在空气与血中的微弱的生命力，而且身体就好像是快要消失了一样，我几乎已经快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了。”阮峰听巴伦的话却说：“这很正常啊，除了先天不足的，绝大多数的人都体验过这种感觉。你所说的这种状态就是咱们小时候先天满足的状态，只不过年头一长，我们已经习惯了成长后的身体，精力旺盛，不知疲倦，只需要很少的摄入就能运化出健康的身体，那是因为小孩子先天气足，六腑强健吧。我们日常摄入的虽说是养分，但同样对我们来说也是负担。你现在的六腑的运作方式已经彻底改变，只有滋补没有了负担，自然你对身体的感觉就越来越大了。你是不是很久没有排泄了呀？虽然你没有进食，但这里可不缺水啊。你喝下去的水从入喉的那一瞬间就开始了吸收，均匀分配到身体的各处，这样你的肾脏与膀胱完全没有了负担，所以连排泄你都少了。养分也是如此，可以吸收的全部都化为了能量，而不能吸收的养分，身体却利用四肢百骸的通路，借由你每一次的呼吸排除，根本没有积存在体内的机会。正因如此，你的脾胃与肠道也不会再有负担，而且你现在也不依靠于常规的
的消化，所以那些助你消化的菌群也就没有用了，所以他们早已被六库吞噬殆尽。现在你的身体是从没有过的干净，你能感受得到吗？巴伦闻言感叹道：“这可真是个神奇的能力啊！你这是作为我没有吃掉你给我的奖励吗？可我只是坚守了一个作为人最基本的原则而已啊！你给的这个奖励是不是有些过了呀？”神秘人闻言沉默了片刻，随后说道：“基本吗？这可一点都不基本啊！”看着一脸疑问的巴伦，神秘人指着巴伦说道：“被逼急了人吃人才是基本啊，而你他妈的就是个怪胎。”接着神秘人面目狰狞地问向巴伦和古烂：“饶把火，你知道是什么吗？这是以前战乱时那些高官对不同人肉质的评价，那时候他们还把人都称为两脚羊。既然你是外国人，那 Candy House 你总知道了吧？那个格林童话故事糖果屋里住着一个吃人的女巫。”巴伦闻言脸色难看地回道：“你不要说了，我不想知道。”说罢他便两手撑地看着天空说道：“如果说人吃人还算是人的话，那么叫我怪胎就怪胎吧。”这时神秘人也学着巴伦的样子看着天说道：“其实你这样挺好的，我去过很多地方，也见过很多人，最后我才发现其实我愿意结交的也就只有你们这种怪胎啊。”巴伦闻言看着神秘人说道：“因为你也是个怪胎吧。”听到此话，阮峰只是嘿嘿一笑不置可否。山中无岁月，又不知道过了多少天，这天神秘人站在山洞门口看着要离开的巴伦说道：“还是要走吗？出去的方法记住了吗？”巴伦问了一声表示记下后又问向神秘人：“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至少告诉我你的名字吧。”神秘人叹了口气回道：“没那个必要吧，其实当初告诉你六库仙贼这个名字都是多余的，都怪我太久没有见到人，而且还是个对脾气的人，所以一时没控制住啊。”说完此话，阮峰又思索了片刻，最后还是对巴伦说道：“如果你真想知道我的事话，那六库仙贼这四个字就是线索，不过你最好还是不要轻易透露出这四个字啊，那可是会招来杀身之祸的呀。”巴伦闻言有些疑惑地问道：“你到底在家乡都干了些什么呀？就这么不招人待见吗？”神秘人听到此话咧嘴一笑说道：“你还是赶紧滚吧。”巴伦见状也只能转身离开，可没等他走出几步，神秘人的声音就从他身后传来：“当初你说这是我给你的奖励，但这可不一定哦。”巴伦回头问道：“为什么这么说？”可是却迟迟没有等到神秘人的回答，巴伦无奈只好再次转身离开。而此时的神秘人却是皱着眉头思考了良久，最后还是向渐渐走远的巴伦喊道：“你一定要记住，不管过了多久都要守住你的本心啊，永远都做那个格格不入的怪胎吧。”而此时的巴伦却没有停下脚步，没有回头，只是轻摁了一声作为回答。之后的数年里，巴伦发现这确实不是一种奖励，六库仙贼的确是解决了他生命中最基本的需求，让他有了大把的时间和无尽的精力。巴伦能做的事也越来越多，但同时能勾起他兴趣的事情却越来越少，这也使他的心里产生了一个无法被填满的空洞。钱、女人、冒险，为了填补这个空洞，他不断的去尝试，甚至冒着暴露能力的风险去参加真人秀。就在巴伦发觉他逐渐控制不住自己的状态时，他选择和那个神秘人一样，去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躲了起来。他想冷静一阵子，来思考一下自己今后的人生。但可笑的却是，任何严苛的环境对巴伦来说都像是自家的后花园一样，完全没有求生压力的他只能在那里忍受纯粹的孤独。结果不到半年，巴伦就从那里出来了。这时他才发现，原来不做事就光享受孤独是如此的困难。而且从山里出来后，那种莫名的焦虑反而变得更加清晰。巴伦竟然连麻药都能毫无副作用的吸收。当他拥有了几乎没有半点负担的完美身体后，他却发现有一股远超当年在雪山时的饥饿感向他袭来。那种饥饿是来源于灵魂的饥饿，他急迫的需要什么去填补，但又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所以只能吃遍他能想到的一切。可是只有一样他始终没有去尝试，尽管他能一直嗅到他的芬芳，其实他也知道那是什么，只是一直在坚守着他的本心罢了。到这里，巴伦已经回忆完了他是如何得到的六库仙贼。他对老王说道：“我实在是不能相信，那么高傲的一个怪胎会把他的能力交给你这种庸人。”可老王却并不在意巴伦对他的评价，而是笑着说道：“人毕竟是都会变的嘛，而且变得堕落才是常态啊。”在雪山上学会六库仙贼的巴伦，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个高傲的神秘人竟然会将自己的能力交给眼前的这个庸人，他一定要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于是他便率先向老王冲了过去。巴伦连续挥出的几刀都被老王用极快的身法躲开，并且还在躲避巴伦攻击的同时，还趁机窜到了巴伦的身后，然后就是一个短暂的蓄力，一拳就轰上了巴伦。来不及躲避的巴伦只能双手合十硬挡住这一拳，拳头与手臂碰撞之后，巴伦忍不住暗道：“这家伙的攻击完全是没有技巧可言了，纯粹是凭借着自身恐怖力量与速度吗？”后退了几步，稍作了喘息，巴伦心到这个怪物留不得呀，必须得全力出手。随后就见二人再一次向互相冲去，同时巴伦手中匕首也直指老王。老王又故技重施，想腐蚀掉巴伦的手臂，可这一次巴伦却并没将手抽回，而是将全身的气都汇聚到了双手，用尽了全力将刀刺向老王。老王见状忍不住嘲讽：“师兄啊，你掌握这能力的时间可比我久多了呀，但你的六库仙贼平时摄入的都是些什么呀？这质量也太差了吧。”说罢他就将腮帮鼓了起来，一口大粘痰喷射而出，犹如花洒一般喷的巴伦满身满脸。而此时一旁正与桃山宫对战的张楚岚听到六库仙贼这个名字后，便好奇地向巴伦这边瞥了一眼，可就这一分神却给桃山宫造成了个可乘之机，他直接一掌向张楚岚拍来。张楚岚连忙慌乱地用金光咒硬抗下这一掌，伴随着桃山宫的一声破字从口而出，通臂金刚打出的力道直接破开了金光咒，同时张楚岚也被这一掌拍飞了出去。就在桃山宫打算乘胜追击之时，陆林却是从一旁袭来，可桃山宫却并没有丝毫的停顿，直接向旁边甩出一掌将陆林拍飞了出去。被拍飞的陆林暗暗的惊讶：“这人是谁啊？有这种身手的人，我竟然完全没听过他的名号。”而在关键时刻，还得是我们的机智一批宝姐。只见他不知从何处出现，一刀劈了
来。桃山公为躲避宝姐的劈砍，只能跳到了一旁，放弃了对张楚岚的追击。桃山公这时看了一眼宝姐，他怎么也没想到拥有护身法器的长发男竟然这么快就被解决掉。而一边的陆玲珑也是猛的一逼，他竟然像软风一样直接一把抓住了捆先生，只听他大喊了一声，你给我过来吧。随即便全身发力，帽子男便很是悲催的再一次被连人带绳的拉了过来。帽子男很是疑惑，明明已经将这个小丫头的气脉封住了呀，可他这个恐怖的力气又是哪来的呢？可就在此时，一旁忽的传出一阵嘶嘶的声音，这一下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只见老王呵呵的笑道，不愧是我师兄啊，这个身体还真是不容易被消化呀。再看此时的巴伦，他的身体已经被腐蚀的不成样子。这时老王又对张楚岚说道，十七，哦不对，应该叫他软风啊，他我们就接走了哈。你要是继续跟我们纠缠也行，但你会把这个被腐蚀成没人样的人丢在这吗？对了，忘记自我介绍了，我和他都可以算是软风的徒弟，按辈分算的话，你还应该叫我们一声师叔呢。张楚岚没有办法，只能默默地注视着几人离开。临走前，桃山公对张楚岚说道，有句话我要转告你，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我们可能并不是你的敌人。见这几人要离去，陆玲珑忍不住对张楚岚说道，你和宝宝赶紧追上去，巴伦先生就交给我俩吧。虽说张楚岚也不想就这么简单的放过那几个人，可最后还是理智占据了上风。他握着拳头说道，在咱们的地盘上我一定会去追，可在这里咱们奋兵的话，那无疑就是在玩火。陆玲珑闻言只好作罢，而是看着巴伦说道，他现在这个样子咱们该怎么办呢？冯宝宝在他身后看了一眼巴伦后说道，他应该还活着。听到此话，陆玲珑吓了一跳，都他妈这样了他竟然还活着吗？这个生命力真是比小强还顽强啊。而就在此时，已经面目全非的巴伦突然嘴里含糊不清的吐出了几个字，远离我，快点都远离我。随后就见巴伦在地上艰难地翻了个身，再次提醒道，你们赶紧离开我的身边。闻言张楚岚不解地问向巴伦，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巴伦一边催动自身的气一边说道，你们应该能看到我的气吧，快点赶紧躲开。张楚岚几人看着巴伦身上就要爆发的气，连忙飞身向后退去。就在他们退开的一瞬，巴伦的气就爆发了开来，周围的花草树木都被这恐怖的气所吞噬，只是刚一接触就立即被分解，就连刚才被宝姐打倒的长发男也没能幸免，他也被这奇怪的气给吞噬了。没过多时，伴随着呼呼的响声，这些气又全都回到了巴伦的体内。陆林见状开口说道，这令人不安的气终于是消失了。陆玲珑也是一脸冷汗的说道，哥，是我的错觉吗？这空气好像变了，好像有了质量一样了，每吸一口都能感觉到那种侵入身体的丝滑呀。张楚岚此时也是暗惊，确实如陆玲珑所说，每次呼吸之后身体都感觉像是变轻了一样，更诡异的是就连刚才战斗损失的体力也在慢慢恢复。这时陆林又疑惑地问道，巴伦先生呢？他在干什么呢？而此时躺在废墟中的巴伦心里则是在想着，我需要夺取更多的生命啊，只有这样才能供养我活下去，实在是对不起了我的朋友们，不必原谅我的残忍。想到这里他便张开了大嘴，顿时以他为中心，四周的空气在他恐怖的吸力下向他涌来，再生能力发动，伴随着他身体肌肉组织的再生，巴伦顿感惊奇，这是怎么回事？是身体格外匮乏的原因吗？这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甘美啊。就这样持续了几分钟后，巴伦才停了下来，周围的空气也恢复了正常。可这时陆林却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呼，张楚岚顺着陆林的目光看去，竟然是刚才还躺在这的长发男，此时已经变成了一副枯骨残渣。张楚岚这时终于明白了刚才巴伦为什么让他们都远离了，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后，张楚岚直接一脚将残渣踩碎。陆林此时也是心有灵犀的说道，以后这件事我们谁也不要主动提起。六库仙贼这个技能感觉就像修仙功法，犹如开挂一样发生在要死的巴伦身上。巴伦叫众人远离之后，疯狂吸收周围的生命力，竟然成功复生。张楚岚站在远处，小心翼翼地看着还躺在地上的巴伦，轻声问道：“巴伦先生，你怎么样了？”巴伦用膀胱扫了一眼张楚岚，说道：“不负众望，终于是活过来了。”浑身残破的巴伦又坐起身子，接着说：“真的没有想到，在这个范围的生物质量，竟然能让我再生到这个地步。”张楚岚看见巴伦没事，也走到跟前，同时向他询问道：“巴伦先生，你是阮峰的弟子吗？”巴伦也转过头对张楚岚说：“阮峰，我不知道他是谁，但要说把能力传给我的那个人的话，我应该算是他的弟子。”听到这样的回答，张楚岚还想继续追问一些什么，可还没等他再次开口，远处一声尖叫就打断了他的思绪。随即转头望去，发现是陆玲珑夸张的张着大嘴说道：“咱们的包呢？那么大一个包，刚刚还在这里，怎么说没就没了？如果没记错，就在这边的呀。”这时陆林也跟着过来寻找，听见这话，张楚岚也是大喊道：“我说陆姐啊，我是心黑，但我心不大吧？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啊！”玲珑也是很无辜的说：“哪有心情开玩笑啊？”这时巴伦却说道：“也许是刚刚被我一起消化掉了，或者别的什么，总之这很正常，在这座岛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那么接下来你们打算怎么办？张楚岚回道：“如果这边搞砸了的话，那就应该咬住以利亚不放。可眼下的情况可不是那么乐观。”张楚岚不得不承认，确实是这个道理。于是再次说道：“我认输了，我们得赶紧回去。”随后转头对冯宝宝说：“宝姐，你的外语好，赶紧联系送我们的船长。”冯宝宝也马上给船长打去电话，可船长却说现在接不了他们，因为贝西摩斯的人已经派出先遣人员来清理外围船只，他们已经被发现了。由于没有观察团的身份，所以他们的船不能留在那里，更不可能接近岛屿。什么时候能去接他们，无法确定。不过船长表示他会找更远的地方，按照先前约定，等一周看看情况再说。而且按照船长的猜测，贝西摩斯的大部队明天就能抵达奈森岛。冯宝宝挂断电话后对张楚岚说道：“他说他不管咱们了，让上帝保佑咱们。”听到这话，张楚岚当场发飙：“保佑，还保佑他大爷！我们现在的物资全丢了，如果贝西摩斯的人马到了，我们被卷进去可就惨了。”此时巴伦见状站起来说道：“我真是佩服你们这帮小家伙，在情报和物资都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就敢踏足奈森岛，不知道是你们无知还是无畏。奈森岛上有一个地方叫做集市，去那里物资和离开的方法都有可能解决，眼下这可能是最好的办法。”此时在奈森岛的山林中，微风吹过，树林如
海洋里的浪花一般摇曳起伏，林中的鸟叽叽喳喳如莺歌燕语，婉转悠扬。哗啦一声，一只深红色的手掌将背包打开，两名全身发红的原始土著人正在兴高采烈地瓜分刚刚偷来的物品，而另一边一众人正加快赶路。这时张楚岚突然问巴伦，咱们就这么一直跑过去没问题吗？巴伦回答道，没问题，只要能找到岛的边缘就可以确定我们到底在岛的哪个部分，及时的方向我就能确认了。突然身后的陆林察觉到一丝异样，马上开口提醒众人说，我们应该是被人盯上了。听到这话，巴伦却说，应该是这里的岛民。这下好了，我们有更简单的办法，直接武力邀请一位当向导就好了。陆林连忙再次对巴伦说道，巴伦先生你确定吗？请你看看前方这向导的候选人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呀。大家看到有一大群向导再一次提高了速度，刷刷刷带着残影狂奔。这时巴伦说道，前面很开阔，有个有利地形，我们可以在那里动手。可是话还没说完，巴伦发现了前方的异状，大家也跟着停下脚步观察。只见绿意葱葱的草地之上转眼之间闪起了刺目的白光，张楚岚也是忍不住抱怨一句，不是吧，怎么没完没了的，后有追兵，前有拦路，这前前后后的，那森岛玩的花样挺多呀，这座岛就不能让人安生点吗？眼看后面的人就要追过来，可是突然为首之人喊了一声停，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众人纷纷后退，转眼之间依稀可见的只剩几个小黑影。看着退去的这一幕，众人也狐疑到底发生了什么，刚才快要追上我们，现在居然都撤退了，难道是被这白光给吓跑了吗？大家还在一脸懵逼的向前走时，前方的白光也消失了，放眼望去，远处似乎有什么东西，随后定睛一看，远处那不是个东西，是个人啊，而且还是认识的人，阿方索。张楚岚看见是老熟人阿方索也愣了一下，随后张楚岚和冯宝宝同时向他打起了招呼，还未寒暄几句，阿方索却直接对了过来说，如果你们还没活够的话，就离那森岛越远越好。张楚岚其实也很无奈，沉默半晌才说道，其实我想走，其实我不想留，和贝西摩斯的人干了一架，他们把接应我们的船给驱逐了，那么你能帮帮我们吗？阿方索站在原地没有回话，张楚岚见他不回话便再次说道，如果你不方便的话，那就告诉我们集市在哪个方向。这时候阿方索才伸出手指向前方，转头对张楚岚说道，从这里直线向前不算太远。说完就用出了一招滚地龙消失不见。还在大家懵逼之际，阿方索又出现在一处石头上，对着他们说，接下来是这里。只见他全身冒起蓝色内气，再将蓝色内气转化成无数光球，原来他是给大家引路。没一会儿几人就来到了一堆废墟的地方，原来满地垃圾堆住的这里正是集市，有几个岛民纷纷从废墟中探出头看着他们。巴伦开口对岛民说道，告诉大巨我要见他。岛民说道，来者何人？巴伦也是说出了自己的全名，巴伦格里尔斯。在听到这个名字后，岛民说了句跟我来后便向里边走去。此时的大巨正享受着雪茄带给他的快感，看着眼前的人他笑着说道，你不是在逗我吧？巴伦，你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啊，看看你这样子倒像个天妇罗。听到这话，巴伦好奇地问道，听你这意思是听说过我？大巨大笑着说道，谁能不知道你啊，试图去偷石板导致整个翡翠学会追杀的白痴，结果发现你根本就不懂炼金，只是因为好玩才去偷的。我也是挺好奇的，就你干的那些蠢事到现在还没成为岛民，简直是个奇迹啊。巴伦也不废话，把到这里的目的说出来之后，大巨说道，是需要补给和离开这里的路子。那你能用什么来交换呢？巴伦回答道，地下的渠道对你来说应该是越多越好，我能让你搭上红鼻子这条线。大巨这时却说，我不需要，红鼻子的电话我有，如果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沟通。巴伦再次说道，这些我还是知道的，他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和你们这些无名之辈合作，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我和他的交情，要想合作只需要我一句话。大巨听到这话也是干脆将手伸向自己身体中后偏下方，一阵摸索之后从屁兜里拿出电话丢在桌上，才对巴伦说道，现在打给他吧。巴伦将电话打过去后说自己是巴伦，现在在大巨这里，可因为刚刚复活嗓音有些变化，对方竟然没信。巴伦也是无语，我是谁还需要证明吗？当说到需要再在你的胰腺上多捅几刀，对方总算相信之后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再将电话交给了大巨，在相互寒暄之后达成了约定才算满意。此时的大巨高兴对巴伦说道，很好，巴伦你有什么需要就尽管和我说。说着还递给巴伦一瓶酒，无功不受禄，巴伦没敢接。大巨这才说道，这个是免费的，就当是送你的礼物。接过酒的巴伦也是说道，你先为我和我的伙伴们准备一些食物吧。可大巨却又严肃起来说道，等一下我的朋友，你好像是误会了什么吧，我喜欢这里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里的公平，你提供了价值所以你得到了应得，他们也是一样，想从集市得到什么那就请他们自己提供等价的来交换，毕竟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生存而努力吧。大巨让张楚岚等人拿出可以交换物资的条件，毕竟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生存而努力。张楚岚也接过话说道，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与哪都通建立联系的机会。可大巨却阴沉着脸说道，我没兴趣，我们的人很少涉足你们那里，而且你在骗我，不管红鼻子的能量有多大，我和他都是地下的人，但哪都通可不是，我们根本没有和他们联系的资格。见忽悠这计不成功，张楚岚又说，别急，不行再让我想想。张楚岚在思考，现在根本没有什么能够拿得出手的条件，而且现在去找伊利亚求助，不过这个节骨眼去哪能找到内森卫呢？就在张楚岚思考对策时，几人的身后突然有黑影浮现，随后一只手穿过迷雾，伸手向冯宝宝抓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冯宝宝一记向后撩鹰腿突然踢出，其实他早就发现了身后的人，再见中了这一脚的人双目圆瞪，面部扭曲，疼的是嗷嗷大叫。张楚岚听到身后发出的声音便转头问向冯宝宝怎么回事，冯宝宝淡淡回答道，刚刚这个人在我的身后，我能感觉到他很下流。这时跪在地上的猥琐男蠕动的起身，对大家开口说道，你们两个小哥想要交换的话不是很简单吗？他指向冯宝宝与陆玲珑接着说，只要把这两个女人交换给我们，你们绝对能够换到你们想要的。蜜獾要用冯宝宝与陆玲珑当筹码才肯交换物资，看来冯宝宝的一记撩鹰脚没有教会蜜獾如何做人。远处大巨听了这话脸露严肃，他对蜜獾说道，想要和集市做交易用这两个女人就够了吗？蜜獾，你不是在和我开玩笑
笑吧。厉欢也是一脸认真的说道，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张楚岚赶紧接口说道，各位等一下，既然是交易，那就得公平自愿对吧？巴伦先生和你们换的与我们无关，我们什么交易都不做行不行？我们现在就离开，这样总可以吧？大巨听到这话，贴个大嘴说可以是可以，但是这时厉欢大喊一声不行，将要继续说话的大巨给打断了。他愤怒地对张楚岚说道，想就这样走可不行，这个女人已经动手了，就这么让你们离开，不公平。张楚岚也来了脾气，立马说道，想要公平是吧？那我让你踹我一脚，就当是还上了，这下公平了吧？蜜欢也不善地说，刚刚是他踢的，必须是他挨一脚才算公平，你想踢他根本不算公平。这边张楚岚还在争辩，冯宝宝则是插话道，我让你打一下就行是吧？那你动手吧，我没意见。蜜欢看着冯宝宝怪笑道，你还真是令人意外的通情达理。可冯宝宝像看傻子一样看着对方。蜜欢继续打着嘴炮，一脸色相地说，你说我该从哪先下手呢？嘿嘿嘿。话音刚落，冯宝宝又是一记撩鹰腿，就连在一旁的张楚岚都听见了淡碎的声音，而围观的一群人都给看懵了，随后哄堂大笑。蜜欢趴在地上痛苦地说道，年轻人你不讲武德，这局应该是我的回合。冯宝宝却是一脸无辜，理所当然地回答道，可是你又下流了呀，攻击对着我下流并且打算对我出手的人，这可是老四他们教我的。蜜欢龇牙咧嘴地说，老四是谁？随后突然起身对冯宝宝吼道，什么老四老五的，你就是个骗子，说好的让我还一下。冯宝宝摊开手解释道，我没骗你啊，我打你的那一下并不下流，所以你还我的那一下也不能下流啊，这样才公平吗？这个解释给蜜欢对的无法反驳，后面围观的人听了顿时大笑起来。蜜欢这次算是碰上对手，不能下流，那十成武功就去了七八。蜜欢咬着牙，心想自己平白无故被打两次，再加上周围人的嘲讽，终于忍不住体内的怒火，直接对几人怒吼道，咱们来赌一局，你们几个随便出一个人，只要能打败我，我替你们搞定大巨，你们能得到你们想要的，但是你们要是失败了，不但什么也得不到，还得把这个女人交给我。站在一旁的恶病也开口说道，这个挺有意思的，我的条件和她一样，我选另外一个女人。这时大巨生气的喊道，恶病，你和蜜欢闹够了没有？这一嗓子确实将恶病给镇住了。还未等他回话，周围的人似乎不想放过这个看热闹的机会，都在一旁喊着让他们赌一把，不能就这么让他们离开。恶病也阴笑着对大巨说道，你都看到了吧，群众的意愿很强烈。无奈大巨冷哼一声，也算是对这事已经默认。张楚岚还有些不死心地问道，大巨先生真的不能放我们走吗？大巨回答道，很遗憾，确实是你们先动的手，恐怕你们必须要参加这个赌局了，但我一定会遵守约定的。张楚岚将询问的目光看向巴伦，可巴伦非常认真地喝着酒，完全不在意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只好又对冯宝宝说道，宝姐你就受累收拾一下那变态吧。陆林这时也走上来对张楚岚说道，我可以替宝宝上。张楚岚说，还是让他自己来比较稳当，你不替玲珑出头吗？陆林听到这话愤怒地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把这两个都亲手干掉，可前提是玲珑的愿意让我替他呀。两个老爷们还在后面磨磨唧唧，玲珑已经走到前面去了，还对着冯宝宝说道，宝宝请帮我传个话。然后他对恶病说道，我真是奇怪啊，你们为什么自始至终都跟那两个小子沟通？你想要的不是我吗？为什么不直接问我，却要问别的男子？不管你是准备了玫瑰还是刀子，请直接抵到我面前，像个爷们一样不行吗？宝宝也在旁边同步翻译着。玲珑继续说，想要一个女人还得通过别人去交换，那你写情书是不还得让别人替你送了？你是个害羞的小学生吗？这几句话给恶病对的是哑口无言。陆玲珑说完边往前走边回头说道，别傻站着了，过来我们找个宽敞的地方练练。此时在远处的大巨这边也感觉到不一样的味道，坐在一旁的李慕玄率先对大巨说道，这两个玩意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而且我觉得你也不是什么善类，不过今天你们集市是怎么回事？不知道的我还以为这是乐园呢。大巨回答道，我们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些家伙看上去无所谓，其实他们这些天都有些压力，这几个孩子是来自你的家乡吧？真是遗憾啊，可能要拿他们来发泄一下。李慕玄微微一笑着说，不用客气，我看这几个孩子的脾气不是很好的样子，指不定谁是出气筒了。此时张楚岚与陆林拉着驴脸向前走去，张楚岚心想，想当年我双手插兜还不知道什么是对手，在内森岛的集市里竟然有人看上了我们的宝姐，可却被我们的宝姐给狠狠地来了记断子绝孙腿，之后双方便展开了一场对赌，输了就要将宝姐与陆玲珑留下，赢了才会获得集市的帮助。宝姐与陆玲珑答应参加集市的赌局后，便跟蜜欢与恶病来到一处空地，四人找好决斗的位置后，两个男人挑衅地说道，来吧宝贝儿，今天就给你们好好的上一课。说吧就臭不要脸的率先发动了攻击。我们先看恶病与陆玲珑这边，只见恶病看没有什么花哨的动作，直接就是一拳攻了过来。陆玲珑轻松地用手臂挡住了恶病的攻击，可恶病被挡住的手臂居然发生了弯曲，竟然绕过了陆玲珑的双臂朝他脸上打。好在陆玲珑反应够快，低身躲过了这一记鹰隼的偷袭，恶病怎么可能放过这个机会，瞬间又是一记手刀血，来不及反应的陆玲珑只能再次用手臂挡下。这边陆玲珑刚堪堪的挡下恶病的攻击，恶病的手臂就再一次发生了弯曲，重重的给陆玲珑来了一记大耳刀，连帽子都给打飞了出去。看着眼前被自己打飞的陆玲珑，恶病一脸满足的样子，他心想真是一次完美的大耳刀啊，看样战斗已经结束了呀。可令他没想到的是，陆玲珑稳住身形后，双脚立马在地上一蹬，瞬间就来到了恶病的身前，一个野蛮冲撞外加一记黑虎掏心，眼看着拳头都陷入了恶病的肚子，这一拳打的是真重啊！旁边吃瓜的众人纷纷对玲珑的这一拳给出了好评。而此时挨了一记重拳的恶病正捂着肚子跪在地上，就见他干呕了半天才抬起头来，满脸青筋的对陆玲珑夸奖道：“你真的很棒。”陆玲珑闻言，则是对恶病勾了勾手指，叫他赶紧起来。恶病见状，立即暴走起身，就再次朝陆玲珑扑来。这时一旁观战的巴伦也是好奇的向大巨打听：“那个恶病的骨头咋是软的呢？”大巨却是抽了一口烟，有些嫌弃的回道：“我倒希望他只是软骨头，最起码这样也不会让人恶心。”看着已经与恶病缠斗在一起的陆玲珑，巴伦又将目光放到了宝姐那边，他暗道：“这个宝姐，我就一直很是好奇，为什么她现在所展现的实力，比起与我对上的时候
好像退步了呢？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之前在那个山谷里也是，他总是展现出能应付眼前敌人威胁的力量。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就算是对自己的力量有着绝对的自信，这也是一种愚蠢至极的行为啊。随后巴伦又回想起以前与宝姐的战斗时，还有之前观察宝姐的战斗，他完全没有在宝姐身上感受到任何的敌意。与其说是在战斗，倒不如说是在某种限制的前提下去剥夺对方的行动力。可这个限制到底是什么呢？他到现在都没能想清楚。而此时宝姐这边的战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只见蜜獾高高的跃起，锋利的爪子直指宝姐，可宝姐却是瞪着大眼睛呆呆地看着他的攻击。就在蜜獾的利爪刺来的瞬间，宝姐才以极快的速度躲开了这一击，速度快的居然还在原地留下了两道残影。随即才刀光亮起，趁着蜜獾的攻击去势未减，在他的手臂上划出了数道伤口，然后宝姐竟然还回头看了眼，自言自语道：划得太浅了呀。随后就是翻身又是一刀砍了出去，可这次却没能砍中。反应过来的蜜獾瞬间将身体蜷缩成了一团滚了出去，这才躲过了宝姐的一刀，然后又在宝姐好奇的目光下玩了个漂移滚到了一旁。拉开距离后，蜜獾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脱掉了鞋子，他看着宝姐恶狠狠地说道：你速度快是吧？跟我玩速度是吗？伴随着他身上气的腾起，他竟然开始了变身。片刻后，他嘴里的尖牙就消失，手上利爪也随之褪去，而他的脚却得到了强化，变得和刚才攻击宝姐的爪子一样。变身完毕后，他自以为很帅的对宝姐说道：你对自己的速度很自信是吗？那这回也让你试试我的速度。话音刚落，他的身形就忽的一下消失，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宝姐冲了过来。面对这突发情况，宝姐只能挥刀抵挡，可蜜獾的速度着实太快，不但躲开了宝姐的刀，还抓住机会一对巨脚踢来。宝姐无奈只能双手合十接下这一脚，随后就被蜜獾的这双强化过的巨脚给踢飞了出去。蜜獾之后又是乘胜追击，只见他瞬间又是高高跃起，一双臭脚朝宝姐踏了过来。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宝姐稳住身形，连滚带爬的逃离，一气呵成。之后就是一声巨响，地面都被蜜獾踏的泥土飞起。可是蜜獾并没有在破碎的地面上看到宝姐那被他踩碎的尸体，看到的却是正挥着小手哒哒哒跑远的宝姐。随后两人就展开了追逐战，宝姐在前边跑，蜜獾在后边追。蜜獾他一边追一边大喊：你真的以为你跑得掉吗？可在他即将追上宝姐时，宝姐回头看了他一眼，突然双脚加速变成风火轮，瞬间又与蜜獾拉开了距离。蜜獾见状只能无能狂吼，在宝姐后边拼命的追赶。可令他感到无语的是，我们的宝姐竟然变成了追风少女，一直在随风奔跑。而此时的另一边，陆玲珑与恶病正打得激烈，可哪曾想突然两道身影从他们中间窜了过去。看着从彼时变成赛跑的两人，陆玲珑二人也是一脸懵逼，但遭殃的可不止他俩。宝姐竟直接带着蜜獾跑到了观战席，还差点擦刀走火把大巨给砍了，吓得大巨差点尿了裤子。其余的吃瓜群众也都是抱头鼠窜。又跑了一会儿，宝姐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她跑出观战席后就停了下来，不再继续逃跑。蜜獾见状以为是她跑不动了，大笑着：哈哈，你咋不跑了呀？可当她冲到宝姐的身前时，却发现宝姐已经变成了一道残影，随后便被不知何时出现在她身后的宝姐给来了一记漂亮的回旋踢，这一脚将她踢的直接用嘴巴在地上吃了十多米的狗啃屎。这时一直在观战的巴伦似乎是看明白了宝姐的限制是什么了，他心里暗道，他战斗的限制很有可能是不杀死对方，所以在评估好对方实力之后，只拿出刚好能够应付对方的实力，这样才能精准的控制自己的每一击给对手带来的伤害程度。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刚才他一直在跑步，并没有与蜜獾正面对战，只有当他了解了对方的实力后才会出手将其击败。可不管这么做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风险，都是在避免失手将对方杀死的可能性。我们的宝姐在前面跑，蜜獾在后面拼命的追，跑着跑着宝姐就是飞起一脚将蜜獾给踢进了乱石堆。宝姐当然知道她不可能就这么倒下，于是瞬间又是一脚踏来。蜜獾眼看着自己就要挨上这致命一击，不得不运转全身的力气拼尽全力躲开，可她还没稳住身形，宝姐就已经消失在了原地。随即就听到噗噗的几声，蜜獾的脚筋便被斩断，宝姐也随之出现在了蜜獾的身后。可被砍断脚筋的蜜獾竟没有倒下，见状宝姐一脸惊讶的说道：还能走吗？真是结实啊。这时一旁的巴伦见状也是暗道，对付这种强悍的家伙，如果还要抱着不伤及对方的心态，那恐怕是打不倒对方的吧。不过现在看来，冯宝宝已经是完全掌握了对方的速度，那家伙要是没有更出人意料的形态，距离这场对决的胜利也就是时间的问题了吧。可此时在与宝姐战斗的蜜獾显然是不会这么轻易的认输，只见他又将力量都强化到了自己的上半身，犹如一头巨熊一样瞬间朝宝姐扑去。可宝姐看着他现在的造型，竟然一股熟悉的感觉油然而生，这简直就跟当年在森林里遇见的那头大熊猫一样，这可是很耐打的类型啊。于是我们的宝姐便火力全开，不再客气，一顿疯狂输出，打得蜜獾全无招架之力。蜜獾现在的身体的确耐打，只见他忍着剧痛大吼了一声，拼了命的伸出双手向宝姐抱去。可我们的宝姐只是轻轻的翻身一跃，就躲过了蜜獾的熊抱，更是在身体落下的同时，直接一脚踏上了蜜獾的小腿，瞬间就让蜜獾来了个狗啃屎。反应过来的蜜獾连忙在倒地的同时向身后猛挥出了一拳，可他的手臂却被宝姐给牢牢的抓住。随即宝姐便微微的用力，将他的手臂给扭成了麻花的形状。蜜獾这时才倒在地上，彻底的失去了抵抗的能力。一旁的张楚岚二人见状，开心的说道：不愧是宝姐呀，率先完成了战斗，剩下就看玲珑那边了呀。而此时战场的另一边，陆玲珑已经了解了恶病的能力，他暗道，其实只要小心他那会弯曲的关节，这家伙也没什么可怕的。
想到这里，他便是一记重拳，狠狠地打在了恶病的脸上。看着被陆玲珑一拳打倒在地的恶病，观战席的张楚岚连忙开心地大声叫好。可是一旁的大巨却是静静地抽着烟没有说话。然而过了片刻，还是没人宣布比试结果。陆玲珑忍不住大声问道：“这家伙已经晕过去了呀，难道不是我赢了吗？”可周围却安静的可怕，不但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说话。张楚岚见状，连忙问大巨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不宣布结果？可还没等大巨回答，战场中就异变突发。同时感觉到不对的陆玲珑也连忙向身后退了几步。只见躺在地上的恶病，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突然睁开。下一秒，恶病那庞大的身躯就在地上忽的跃起，猛地朝陆玲珑扑了过去。陆玲珑反应也是极快，瞬间就抬起一脚踢上了恶病的肚子。收回脚后，陆玲珑说道：“没有人回应我，我就知道有鬼。还好姑奶奶我早有准备啊。”不过当他在看向恶病时，瞳孔却是瞬间放大。只见此时的恶病身体竟然在不断的隆起，并长出了许多奇怪的东西。恶病一边变身一边说道：“你还真的是很棒啊，差点就真的被你打昏过去啊！难道简单点让我得到这不好吗？非得要我使出全力吗？现在的我可是弄不好就会将你打残的呀！但这样我得到的就不是完美的你了呀！”看到这个突然变成怪物的恶病，张楚岚几人的脸色变得凝重了起来。恶病则是摇晃着身后的触手对陆玲珑说道：“来吧，宝贝儿，我会怀念现在这么完美的你的呀！”说罢，就见他肩膀处的触手微微的晃动了一下，随后触手就飞速的向陆玲珑射去，瞬间就来到了陆玲珑的面前，速度之快也是让陆玲珑为之一惊。不过在紧要关头，陆玲珑还是侧身躲过了这一击。可接下来等待陆玲珑的就是恶病三只触手的同时攻击。陆玲珑见状，连忙蓄力迎击，身上的气也喷涌而出。他一边躲避攻击，一边暗自估算：虽然他的攻击速度变快，不过我还是可以应付得了的呀。闪躲间，陆玲珑已经来到了恶病的身前，随后便是一拳轰上了恶病的肚子。可恶病承受住了这一击后，竟迅速的抬起手指，射出了几个尖刺朝陆玲珑袭去。无奈之下，陆玲珑只能飞身向后躲开。可陆玲珑人还未落地，一个触手就出现在了他的身后。还没来得及反应，那个触手上的镰刀就划在了他的身上。落地后，陆玲珑立即向后连退了几步，与恶病拉开了距离。这时恶病却看着陆玲珑笑着说道：“你的攻击真是不痛不痒啊，你是在跟我调情吗，小宝贝？”陆玲珑闻言默不作声地脱掉了外套，可他心里却在暗暗地盘算着，他现在的速度与力量跟刚才比像是换了个人了。至于他背后触手上的镰刀倒是无所谓啊，我挨也就挨了，而我真正要注意的应该是他那能弹出指甲的手。这时在观众席的张楚岚见陆玲珑受了伤，赶紧向陆玲问道：“怎么样，玲珑能撑得住吗？如果撑不住的话，咱们就准备掀桌子吧，管他什么劳什子的一对一呢。”可陆玲却说要下场是他自己决定的，除非他向我求助，不然他就是准备自己负起全部责任，咱们最好是不要插手。我比你更想撕了那个王八蛋，但是我们也都清楚，在来这个岛之前，大家就都有了心理准备，这里会是个什么地方。他来了这里可不是来给大家当累赘的。陆玲说完此话，便向陆玲珑喊道：“玲珑，这不是在比武，这可是在生死决斗啊。”陆玲珑闻言回答道：“我知道了，而且现在在场的也没有我的那些和平快乐的朋友，大家都是见惯了血的人，对吧？”可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恶病就发动了攻击，那带着镰刀的触手又向他射了过来。可陆玲珑面对射来的镰刀，却没有丝毫想要躲避的意思。突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那朝着陆玲珑射来的镰刀竟半路突然折回，随后便瞬间扎进了恶病自己的肚子。更诡异的却是，镰刀居然不受恶病的控制，居然一直朝他肚子里钻去。顿时疼得恶病连连惨叫，恶病拼尽了全力才将自己的镰刀拔了出来。可当镰刀拔出来后，恶病肚子上的伤口竟然猛地自己裂了开来，随后就是刺啦的一声，伤口迅速加大，像是被人沿着伤口又给划上了一刀。恶病这时看着自己的肚子，暗自说道：“是什么东西从镰刀上转移到我的体内了吗？”随后他便大喝了一声，猛地一拳拍上了自己的肚子，将进入自己体内的东西给逼了出来。就在恶病想看看他逼出来的是个什么东西时，在地上他的血液中就突的跳出了一个血团，随后那个血团就像是有灵性一般，从地上飞了起来，朝陆玲珑射去。而此时再看陆玲珑，他伤口上流出来的血也都聚拢到了一起，转眼间就在陆玲珑的手上汇聚成了一把血刃。陆玲珑也没有废话，只是扭了扭脖子，便一个箭步朝恶病袭来。恶病见状，只能不断的躲闪，不敢去硬接陆玲珑手中的血刃，因为他已经判断出眼前这个女人的血就是刚才控制他的镰刀，并在他体内一路破坏的东西。可陆玲珑却丝毫不给恶病喘息的机会，拼命的挥舞着手中的血刃。就在这时，陆玲珑突然一个加速，伴随着他的心脏咚的一声巨响，他人就瞬间冲到了恶病的身后。而此时再看恶病，腰部才狂喷出一股血柱。看着在战场中血团不断在身前飘舞的陆玲珑，简直犹如个女战神将士。张楚岚问向陆玲：“林哥呀，你可别跟我说陆玲珑的这手段是全真的呀。”陆玲却看着战场中的妹妹，无奈地回道：“这确实不是全真的手段，但这却是玲珑一直待在全真的原因啊。”在那森岛，恶病与陆玲珑的对赌中，打着打着，恶病竟然玩起了自残。他不但用自己触手上的镰刀扎进了自己的肚子，他竟然还狠狠地朝自己的肚子给出了一拳。原来这一切都是陆玲珑诡异的能力所致。此时的陆玲珑已经将伤口流出的血液凝聚成了一把血刃，犹如一个嗜血女战神一样，对恶病发起了疯狂的攻击。张楚岚见到陆玲珑使出了如此诡异的能力，便好奇地问向陆玲：“我记得在公司培训时曾说过，你们陆家是没有什么所谓的家族手段的，可培训材料里对你们四家的事描述的却很糙，你方便给我讲讲你们陆家的传承吗？”陆玲回道：“没什么不方便。”
便的，这也都不是什么秘密。说起来，我们这四家都是以家族为单位，把艺术传承了千年的存在，但不同于王家的神土、吕家的如意镜和迷魂术，我们陆家和高家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都没有传承什么家族的手段。闻言，张楚岚好奇地问道，那你们陆家的传承又是什么呢？陆林冷哼了一声回道，用我们家老太爷的话来讲，我们传承的就是一堆家规和一脉相承的硬骨头吧。你可能不知道，我们的家规那可真是又臭又长啊。陆家子弟都会被长辈按照这些家规教育，我们家规中有一条就是凡牵扯奇门艺术，只叫子孙为人，不为子孙续财。所以陆家子弟凡是善于或者对艺术有兴趣的人，全都要投入其他的门户，凭借自己的能力去成长，可能大概只有我是个例外吧。而太爷又为了不让逆生三重失传，又从外边找了很多资质优秀的年轻人，但他们却都没有办法入门，最后还是偶然间发现了我能进入逆生的状态。我记得太爷那时候还为了这个纠结了很长时间，最终还是破了这一回例。然后他还让我在祖宗和三一门长的牌位前立重誓，将来一定要将逆生三重传给外人。听到这里，张楚岚说道，那我算是懂了，怪不得当初陆老爷子那么高兴把通天路给了小师叔。陆林闻言笑道，是啊，他不能让通天路失传，但又不能传给族人，而灵玉真人正是合适的传人，他高兴是自然的。张楚岚这时又问陆林，那玲珑呢？他这手段是在外边学的吧？看样还是在进全真之前学的吧。陆林闻言看了眼远处正在打斗的陆玲珑回道，说起来真是有点自夸哈，我们陆家人如果涉猎艺术的话，往往都是好苗子，而且我们陆家的家规又严格，不能说我们陆家人每个都品行端正，但在圈里口碑还是可以的。所以一般来说，陆家的小孩刚一出生就都被各个流派关注着，而玲珑在5岁左右的时候就有各个流派的首脑常来登门拜访，他们来干嘛的自然不用问了，可太爷和玲珑的父亲却是把玲珑宠得不行，怎么会轻易的就把玲珑交给哪个流派。张楚岚听了这话却在心中暗自想着，太爷和玲珑的父亲这话怎么听着有点怪啊，不应该是玲珑的父母才对吗？难道是因为玲珑的母亲不是圈里人，所以不掺和这事？可陆林却不知道张楚岚在想着些什么，继而又说道，后来玲珑的父亲相中了两个门派，而玲珑也是跟那两个流派的领袖很是亲近，只是太爷在这件事的态度上却显得有些犹豫。张楚岚听到这里连忙问向陆林，那是哪两个门派啊？陆林闻言淡淡的回道，是红花仙与藤山这两个只收女性弟子的门派。听到原来是这两个门派，张楚岚也是理解了陆老爷子当时为什么迟迟没松口。陆林这时也说，是啊，听了你给我讲完36贼的时候，我也才想明白当时太爷为什么是那个态度，不过最后太爷还是想通了，一切还是看玲珑自己的缘分吧。玲珑首先选择的是红花仙，但是测试过后却和红花仙没有缘分，随后就又马上接受了藤山的测试。藤山这个门派是一个全是女性的低调门派，门人入门之前要接受沐浴的测试，测试成功者直接可以打通气体流动，入门了后会学习调制秘药，这种秘药服下后会依据制药者不同的体质和性格引发他们各自不同的能力，而最开始的药浴其实就是个基础，之后个人休息的秘药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完成的，如果他们想要增强实力就需要调制新的秘药。张楚岚听到这里开口问道，那玲珑的测试通过了吗？听陆林说通过了之后，张楚岚继续问道，那也就是说玲珑最初是藤山的人了？可陆林却告诉张楚岚并没有，因为当时玲珑通过的太顺利了，在那次沐浴中，陆玲珑不但打通了基本的气体的流动，而且还直接觉醒了属于他自己的能力。算上玲珑这次，这种情况在藤山有史以来的记载中只出现过5次，前3次都是数百年前的事了，而离玲珑最近的一次直接觉醒能力的人就叫做方莹，也就是36贼中的那个方莹。张楚岚疑惑地问道，那这么说藤山在一次普通的入门测试中找到了玲珑这个百年一遇的大天才，这不是挺好的吗？之后怎么又去了全真呢？陆林解释道，直接觉醒能力当然意味着玲珑天分很高，这自然是好事，但问题就出在玲珑这个能力上，藤山的能力本身就是依据个人身心特质来引发的，所以通过这个人的能力自然也可以反推出他的特质。藤山的领袖见证过所有门人能力的引发，当然也很擅长反推门人的特质。我还记得当时玲珑的父亲跟我讲，当时藤山的领袖是这么说的，我非常想收这个孩子为徒，但是我不能啊，因为这个孩子的性格与我们有些不合呀。从这个孩子的能力倒推，我看到了他性格上的一些小缺陷，真的很遗憾啊。张楚岚听到这里不相信地说道，当时玲珑才几岁啊，性格都是爹妈给的，又没有啥经历，能有啥缺陷啊？陆林闻言沉默了片刻才继续说道，经过这事之后，长辈们后来也发现了玲珑在性格上确实是有些强硬，就连太爷那个性子有时候都拗不过小小年纪的玲珑。张楚岚听了这话心中想到，性格强硬也算是缺陷吗？那陆老爷子那性格横得要死了，那算什么呀？不过看陆林现在这个态度，他是很清楚玲珑的问题出在哪呀，而且看样啊，八成跟血缘无关了。陆老爷子应该也知道他们一家人特别宠玲珑，大概也和这个有关吧。陆林目不转睛地看着远处正和恶病激烈交手的妹妹，继续说道，好在我这个妹妹除了这点小毛病之外都挺好，她的人生也很顺利，那些问题也没什么机会展现出来，可由于担心她的能力会反过来助长她的问题，所以长辈们才要求她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使用能力。张楚岚恍然大悟地说道，怪不得呀，也就是说在龙虎山那次即使我不出手的话，玲珑也还是有后手自保的吧。可陆林却说并不是那样，那次你张楚岚真是帮了大忙啊，按照玲珑的脾气，她不会在朋友遭到侵犯时还保留什么压箱底的手段，那次她不使用能力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尸魔屠军房就在一旁，屠军房当时没有动手，所以在凶险玲珑至少还可以苦苦支撑，可如果使用了能力引得屠军房动手的话，尸魔正是玲珑这种性格激烈的人的克星，可能瞬间就被自己的三尸所吞噬。正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能力，太爷把自己知道的所有克制玲珑的人都告诉了他，尸魔和雷烟炮这两个就是太爷重点提及的对象，如果见到的话能跑多远就跑多远。说到这里，陆林就瞥了眼张楚岚问道，能理解太爷最后为什么为玲珑选择全真了吗？张楚岚则是表示理解了，然后陆林又继续说道，要说什么五花八门的手段全真倒真是没有，但要说修身养性打磨身心的话，
那全真就是个好去处。而且玲珑也很聪明，自从他知道自己性格中的问题会妨碍以后的人生发展，便在之后十几年中一直在全真修身养性，就是为了消磨掉自己的缺陷。听到这里，张楚岚已经对陆玲珑的事有了大概的了解，他瞥了陆玲一眼，心中暗道：陆玲啊陆玲，你可还真是不会撒谎啊。在内森岛上，陆玲珑使出了诡异的能力，他竟然能将自己的血液凝聚在一起化成血人，更是能控制自己的血液去攻击敌人，甚至在敌人的体内去大肆破坏。经过了陆玲的一番解释，张楚岚却产生了疑问：陆玲珑的能力是藤山引发的，这个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就算藤山这个流派在隐匿他们的情况，圈里还是知道大概的，所以陆玲没必要在这上面撒谎。可是陆玲后面的话奇怪的地方就太多了，藤山认为陆玲珑的性格不适合，就不收为弟子了吗？这就有点太扯了吧。明明之前还说陆玲珑小时候和藤山的首领相处得很好呢，可怎么通过了测试后性格就不合适了呢？况且通过测试的还是个百年难遇的好苗子，就因为性格不合适就不要了吗？难道是藤山领袖撒谎了？可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太敷衍了呀？陆家的人又不是傻子，所以一定是陆林在跟我撒谎。他这个谎言拙劣的地方就在于描述和实际的落差太大了。假设陆玲珑确实是因为性格问题没有进入藤山，而且后来又因为这个问题在全真修身养性了十多年，可是都修身养性这么多年了，为什么陆老爷子还是不放心呢？就跟如临大敌一样，然后又特地的将克制陆玲珑的敌人都告诉了他，那这就绝不可能是什么性格上的小问题了。然而陆家在对于陆玲珑其他事情上的行为和正常的思维也不一样。如果是我，有个内心有严重缺陷的孩子，那我是绝对不会放他到处野的。龙虎山上废弃的暗堡外，唐门，还有这次的内森，哪一次都不善了。自己的孩子有问题，还放他到处去趟浑水。要是我的话，把他腿打断了也要阻止他呀。不过反过来说，以陆玲珑的强硬，就算腿被打折了，应该也会和家里杠到底吧。这一点我倒不意外。可陆老爷子不也是这性格吗？这不正是他们陆家的风格吗？至于如此小心翼翼的对待吗？换一个方向去想，如果藤山的首领真的探出了陆玲珑的问题，并告诉了陆家，然后陆家对他的话也十分认可，也因此一直小心对待，那么他指出的问题必定是一个关于陆玲珑身心上的致命伤，而且陆家对此也是心中有数。就在张楚岚整理思路的时候，战场中的陆玲珑与恶病的战斗却已经进入了白热化。此时就看恶病那庞大身躯上布满了伤口，陆玲珑看着满身是血的恶病，他暗自感叹道：这家伙流了这么多血还能撑得住吗？看来我还是太爱惜我自己了呀。既然现在这样没有办法给这家伙致命一击，那我就再来多点吧。说吧，就见他肩膀处的伤口飞出了更多的鲜血，犹如彩带一样在他的身边飞舞。随后陆玲珑就看着正朝他冲来的恶病，想到这么多年来只有在师父和太爷的看护下才能试着练习控制这个能力，其实真正的使用几乎没有过。我一直以为太爷和师父的话我都听进去了，我不会再被他吸引了，可今天真正解放他的时候，我还是得必须承认了，这个能力真是让我感觉到无比的痛快啊。想到这里，陆玲珑与恶病二人已经开始了再一次的交锋，眨眼的功夫二人就相互交错而过。再看恶病，此时已经被陆玲珑释放出的血线扎得浑身都是千疮百孔，转眼间沾在恶病伤口上的血就都钻进了他的身体。没过片刻，恶病的身体就发出了咕咕的声音，原来是刚刚钻进去的血正在他的身体里大肆破坏着。而此时在观战区，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突然自言自语地说道：这两个人还真挺有意思啊，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可能会更精彩吧，我真是很好奇那个女孩一会会变成什么样子。而此时战场中的陆玲珑正向恶病这边走来，他边走边说：怎么不把我的血逼出来了呀？就算是你把身上的肉撕下来也没用了吧。可他的话音刚落，他就发现右臂上传来了一阵刺痛，原来是恶病趁刚刚陆玲珑疏忽大意的时候，用他那细长且带着尖刺的舌头给陆玲珑搞了个偷袭。刚反应过来的陆玲珑还没来得及查看伤口，他的神情就开始变得痛苦了起来，随后就握着手腕跪在地上叫出了声。只见他手臂上的异状感染正在急速扩大，围观的陆林和张楚岚看到这情形猛然一惊，感觉到了大事不妙。而此时看着跪在地上忍受着剧痛的陆玲珑，恶病喃喃地说道：终于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啊。就在恶病喃喃自语的这会儿功夫，陆玲珑的变异感染已经蔓延到了面部，随后就浑身无力地趴在了地上，呼吸也急促了起来。下一秒，陆玲珑全身的皮肤都出现了变异，颜色也由正常肌肤的淡黄色转为了粉红色，随后就是肌肉也开始变得跟恶病一样扭曲盘结在了一起。一直盯着陆玲珑的恶病见状连声赞叹道：你还真是厉害啊，看来我是没有资格得到那个美好的你啊，你现在的样子就是我的能力，我给他取名叫传染。观战区听到恶病这话的陆林冷汗瞬间就下来了，可让他更震惊的还在后面，因为恶病又继续说道：凡是被他感染过的人都会经历极大的痛苦，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痛苦，大多数人在经历数分钟至数天的痛苦后就会全身溃烂而亡，只有少部分人会完成这个痛苦的变异过程，可就算是完成了变异，那些人也基本都死了。说到这里，恶病就嘿嘿的怪笑了起来，明明拥有了和我一样的强大的身体，可他们却偏偏要选择自杀，有这个样子活着有那么辛苦吗？真是让我不理解啊。说完此话，恶病就伸手将陆玲珑抱了起来。将陆玲珑抱入了怀中后，恶病轻声说道：你是这么的强，这么的完美，你一定能撑过去的，对吗？而此时观战区的陆玲与张楚岚见到这一幕就真的再也坐不住，眼看着自己的妹妹正在被个怪物给抱着，陆玲更是直接启动了逆生三重，就要冲上去立马手撕了恶病。然而他刚踏出一步，不远处围观的面具男就立即出言提醒：这场赌局还
还没完呢。如果你想要插手或者想要干预的话，就让我们来陪你好了。说话的同时，面具男身上已经涌出了绿色的气来，以此来证明他并不只是说说而已。这边有了面具男的阻止，恶病才得以继续他的自言自语。这时他又鼓励陆玲珑说道，你一定要加油啊，变异完成之后才是挑战的开始呀，希望你不会像上一个女人一样选择自杀，这次我一定要。可恶病的话还没说完，就突然感觉到了一丝异常，随后就吧的一声巨响，恶病的身体就如同被捏爆的西红柿一样爆浆。刚爆完浆还一脸疑惑的恶病，下一秒就轰然倒地。这时已经完全变身了的陆玲珑已经站起了身，他望着面前血泊中恶病的巨大身体，疑惑的问道，刚才你在说谁要自杀呀？说完此话，他就将手伸到了眼前，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虽然不似恶病那般恶心，却也已十分接近。而这个时候的观战区却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无论是大巨亦或者李慕玄都没有要开口宣布这场战斗已经结束的意思。陆玲珑见陆林想要冲上来查看自己的情况，他连忙大喊，哥你别过来，战斗还没有结束呢呀。随后他就转身盯着躺在地上的恶病说道，这个怪物还没有彻底咽气吧，现在就让我来送你最后一程吧。说话的同时，陆玲珑已经伸出手指勾了勾，把他留在地上的血液又重新凝聚在了一起，然后汇聚成了一道血刺，直奔恶病的要害而去。眼看着恶病就要嗝屁，恶病的瞳孔却突然放大，然后他猛地就从地上坐起，大喊了一句，我输了。陆玲珑听到恶病说认输也是猛然一愣，这时围观的众人却开始了大声起哄，说他们听不清，让恶病把刚才说的话再大声讲一遍。被逼无奈的恶病只好照做，气急败坏地说道，我已经输了，输给了这个小姑娘，你们这帮混蛋听清楚了吗？我们漂亮的小妹妹陆玲珑去了趟奈森岛，就让人变成了丑八怪，罪魁祸首就是眼前的怪物恶病。他还以为被传染后的玲珑会自杀，结果却被反杀。变身后的陆玲珑眼看就要把恶病拆了，吓得他不敢不认输，本想再问问传染后还有别的后遗症吗，可恶病冷哼一声并没有再说什么，反正这个状态对陆玲珑来说也不算什么，这也是他性格使然，后面有所交代。陆玲珑也不再继续追问，说了句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就和宝姐转身离去，只留下不像人形的恶病在地上凌乱。突然跳出两个人影，一前一后拦住了他俩的去路。拦在前面的面筋男率先开口说道，你们两个真的是太棒了，尤其是你，来来来，我也想和你一对一来一场。而拦在后面的正是之前的面具男，他的想法也是一样，但对手他选择了冒白光的陆林。陆林听到这话先是一愣，心想正愁没地方发泄呢，而在一旁观战的众人更是不停添油加醋，打算继续看热闹。看到这个情况，巴伦转头对大巨说道，这和刚刚说的不太一样吧。大巨也是面露无奈之色，马上大声对在场的兄弟们说道，好了好了，应该收场了，我们集市应该遵守约定。而面筋男左一句我们想继续，面具男右一句我们想干一架，看热闹的不怕事大，一旁的众人都在那里叫喊起哄着。就在这关键时刻，后面的白发老头站了出来，边拍手叫好边讽刺地说道，你们都很棒嘛，来这么长时间了，今天算是让我重新认识了一下集市。大巨看到他出面紧张地说道，你这里没有你的事。可这白发老头一点面子也没给大巨，继续对着大巨说道，怎么没有我的事，如果还想继续的话，那就由我这个老家伙做你们的对手吧。此话一出，全场安静，就连刚刚闹得最欢的面具男都哑言，有点不解地问向老头，老师你是打算保护这些人吗？再看白发老头双眼如电，大骂一声，带着那个怪物快点滚，刚刚就是你蹦跶的厉害，你是觉得你武功高了还是觉得我拿不动刀了？这话吓得面具男抱着残破的恶病撒腿就跑。大巨看见这老头在这里发号施令，脸面有点挂不住，连忙说道，你这里是集市，希望你别太放肆，我会处理的。而白发老头却一点面子没给，冷哼一声反问一句，集市？我呸！一口粘痰随着话音吐出。还没等大巨发火，面筋男先忍不住了，冷冷地说道，你想死在这里吗？老头呵呵一笑说道，就凭你一个人还做不到，你们可以一起上来试试。眼看马上就要动手，大巨赶紧劝架说道，你们不要那么大火气，这里不是乐园，集市是一个公平交易的地方。老头马上接过话说，还公平交易？大巨你简直是我见过最离谱的奸商，现在马上把补给给这些孩子准备好，还有告诉他们离岛的方法。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你真的有离开这里的方法，如今你们自己都不能离开这座岛，我说的对吧？最可笑的是，从交易开始赌局的基础就不存在，这场赌局他们要是赢了能获得补给和离开的路子，要是输了他们要付出的是身体能力器官之类的吧，但这一切的一切必须建立在集市今后还存在的前提下，我说的对吧？而如今的你们都已经归属于贝西摩斯，从今以后根本就没有集市了，那这些孩子又在与谁赌呢？你们自己都无法行动，又拿什么送这些孩子离岛？老头越说越激动，大声骂道，用自由和内森岛的情报换取短暂的安全，你们一帮懦夫就没有一个敢面对真正的獠牙吗？老头这一番话将现在所有集市的人骂得不敢回嘴，也是没脸回嘴。刚刚被两位小姑娘打得不成人样的恶病与蜜欢更是老脸通红，扩大的集市被白发老头骂得无人敢回话，他们也知道拿这帮小孩子出气确实很羞耻，仇恨由白发老头拉了过来，还在不停地向众人输出道，你们别欺负外来人，而且还是一群孩子，要想找乐子老子我陪你们。所有人被这个老头一顿嘴炮打的是不敢出声，刚刚废墟之上还站满了人，转眼之间全都默默地离开，所有人都已经散了，唯独面筋男还留在原地。老头转身问他，那小伙子你是要继续还是想怎么样了？面筋男倔强的冷哼一声，也转头慢慢离开，突然又停下了脚步，回头问向老头，你是打算跟这座岛一起毁灭吗？老头也是干脆的回答道，开始本来不想的，但是看到你们懦弱的样子，我还真想跟那些强盗斗一斗，总比和你们在一起要有趣的多。听到这话的面筋男咒骂一声，你个老混蛋，之后竖起中指边走边说，那你就赶快死在这里吧。众人都离开后，老头站在风中沉默，刚刚的这些张楚兰都看在了眼里，于是上前说道，前辈你能听懂我说的话吧？如果我看的没错，咱俩应该是老乡对吧？老头只是转头
头看了看张楚岚，并没有答话，接着又对大巨说，刚刚这帮孩子赌赢了，应该兑现的就必须给他们。大巨也是一脸不情愿的说了句，我知道了。之后对张楚岚说道，你们放心，补给我会提供，反正这里的一切我们以后也用不上，不过离开的方法我只能说声抱歉。他刚刚所说的你们也都听到，冯宝宝也把大巨说的话同步给了张楚岚，碧莲也表示没问题，但从不吃亏的张楚岚怎么能放过这个机会，他想用离开的方法来换取岛上的情报，要把关于这里的一切都如实的告诉给他。大巨无奈的抽着雪茄，仿佛在等白发老头的回答，可老头却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几个闪身就离开了这里。当老头离开之后，大巨轻吐一口气，才对张楚岚说道，小伙子你很擅长交易吗？跟我过来吧。此时他们已经回到大巨的办公区，坐在破旧沙发上的大巨开口问道，你都想知道什么？张楚岚并没有马上开问，而大脑却在分析目前的情况。第一是突然冒出来个师叔，这个需谨慎处理，可以先放一放。二是物资补给还有与外界联系方法。第三就是那个白发老头，明明帮了我们却是那种态度，感觉像是中国人的老爷子会是谁？刚刚在众人面前发飙的白发老头其实就是李慕玄。本来他不想让大巨将他的名字说出去，但是这座岛上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太多，李慕玄心中咒骂着，如今都沦落到这一步，都是因为自己的狂妄所致，这贼老天爷是刻意惩罚我吗？都已经躲到了这种地方，还斩不断过去的业障了。再转到张楚岚这边，刚刚已经把想问的问题都向大巨询问过，他告诉大家帮助他们的是王的老爷李慕玄，而且用大巨给的卫星电话打去问了四哥，了解一下这位李慕玄，还有那个恶病传染的问题也问了，但是大巨不知道他的来历还有能力。张楚岚望向玲珑问道，那么玲珑你现在感觉怎么样？玲珑无所谓的答道，感觉身体和能力方面全都变强了，负面的变化除了样子怪一点，身上的味道恶心了一点之外还算都好。听到这话，张楚岚边吃东西边默默说了一句，哦，那就好那就好。突然陆玲珑大叫道，张楚岚你笑什么？我变成这个样子很好笑吗？就这一嗓子给张楚岚整懵了，吓得眼睛都只剩下眼白，连忙说，陆姐这都是误会，我真没有。玲珑失落的低下头说，你和冯宝宝装成没事人的样子，你们是在可怜我吗？你们是瞧不起我吗？眼看着气氛越来越紧张，旁边的陆林却开口说道，玲珑别闹了。玲珑也是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这给碧莲搞的是云里雾里，旁边的宝就跟没事人一样不停地干饭。玲珑又继续对张楚岚说，我说碧莲啊，你可怜就可怜我呗，我确实也挺惨的，看你一副面对绝症病人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他病情的样子。之后又转头问向冯宝宝说，宝你说我可怜吗？此时的宝宝还在不停地干饭，似乎好像刚刚有人在叫他，于是舔了舔干饭的勺子问了句，你说啥？这个举动逗得玲珑哈哈大笑，对着张楚岚说，你看到了吧，这才是真拿我不当回事。其实我猜到了，陆林跟你说了关于我能力的事吧，而且还说能力跟我性格上的小毛病有关，他是这么忽悠你的吧？张楚岚听到这话虽然没有出声回答，但心里却想这是要坦白吗？陆玲珑继续说道，其实当初他们也是这么骗我，既然碧莲你见到了又好奇，我今天就告诉你。陆林在一旁想要阻拦，玲珑马上说，你们说我有这个问题，那我就得面对这个问题不是吗？如果谈之色变的话，那么这么多年我就白修行了，而且就算我不说的话，就这个碧莲也会偷偷去打听的，因为藤山杨姨说我性格有问题，所以我们去了全真，我哥应该和你说了吧，我太爷他们也是这么和我说的。随着年龄增长，我慢慢发觉的不对劲了，虽然也学了全真的手段，但师父还是让我以打磨星星为主，当时我也认识一些同门与其他流派的朋友，人家也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说我只是有点小缺陷吗？于是我趁着暑假时间偷偷找到了杨姨，软磨硬泡之后他才告诉我在仪式上对太爷说的原话，说他在这个孩子的能力中看到了一种自毁的倾向，逼出自身的血液进行操纵，就好像是把自己的血液流干一样。我知道这个信息之后，马上回去找老爹与太爷对质，最终他们还是松口把真相告诉了我，那事儿是在我一岁左右的时候发生的，我的母亲被人杀死了，死于乱刀之下，那个画面我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了，这都是太爷告诉我，而那一切都是在我眼前发生的，我是目睹了母亲死亡的全过程。你知道陆玲珑为什么有想放干血的欲望吗？原来他小的时候有过一段血腥的经历，他太爷陆景告诉他，在他一岁的时候，他亲眼目睹了母亲惨死刀下，映入他眼帘的就是满屋的血红，凶手行凶之后大摇大摆的离开，可能就是这件事让小玲珑心灵上受到了刺激，有一种放空自己鲜血的欲望。张楚岚等人细心听着陆玲珑讲完这段经历，张楚岚大概也明白了几分玲珑的心态，思考了半天才说出一句，那凶手抓到了吗？陆玲珑刚说完儿时的事情，平复一下心情之后才回答张楚岚，听他们说当年的凶手已经找到了，说是一名连环入室抢劫通缉犯，警方抓捕的时候被当场击毙，从作案手法、现场证据还有他流窜路线都能对得上，所以我母亲的案子也被算到了他的头上。张楚岚也听出玲珑话外的意思，于是问道，你是不是觉得凶手不是他？玲珑也是有种感觉，或者说是一种希望，凶手不是当年那个被击毙的通缉犯。陆玲珑继续说道，我知道自己有很大的问题，但想不想流干自己的鲜血还不清楚，不过让他十分笃定的就是他想流干那个家伙的鲜血，这话可能对不起死去的母亲，但从内心来讲希望那个人还活着，这样就可以亲手复仇。听到这里，张楚岚也不知道如何接话，心中也是在震惊陆玲珑年少时的经历。还在碧莲愣神的时候，玲珑打断了他的思绪说道，这是等我们能回去的时候再说，大巨那胖子还告诉你什么了？张楚岚也回过神继续说着，刚刚与大巨交易的内容主要还是岛上目前的情况，如果来人是从另一边登岛的话，估计会被一场大火拼卷进去，两个被西摩斯的人和乐园的人已经对上了，其中的一个人也被乐园的人控制住，在那片森林中参加战斗的人很多，乐园的
得很多家伙都被打败了，不过打了很久却一个死的都没有。开始以为是对方还留有余力，而且打到那么久也没有搞懂对方是什么能力，难道对方是无敌的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来人也是受伤不轻，突然大声呼唤让道调出来，还质问道调这次的事情与他无关，为什么要阻止。道调出现之后告诉来人说道，乐园是不可能放他去王的那里，而且他们可没有像我们这样的交情，到时候王的卫士会毫不犹豫的干掉。这时候道调已经走向来人，搞得对方心脏紧张的乱跳，以为道调要对他动手，不曾想结果是掏出了一块棒棒糖，嘴上客气的说着，和我去乐园坐坐吧，至少在那里恢复一下体力，如果不去的话我就让他们拧断那小子的脖子。这时被抓住的小黄毛被死死的擒住了脑袋，只要听到一句反对的声音，小黄毛就会归西。就这样那两个人都被带到了乐园，而且不仅仅是被细摩斯的人，同时岛上出现很多不明来历的人。一波海浪拍击在沙滩上，有两个小黑点由小到大慢慢浮现在眼前，又是两名蛙人已经登陆到了内森。刚刚上岸的一人还因为衣服太紧将蛋卡住，正在抱怨。两人迅速整理一下衣服，准备接下来的行动。经过两人一番商量，决定先找个地方躲着，让内森岛上的人与被细摩斯先斗着，看最后的结果再决定如何行动。简单制定了作战计划之后，二人穿着卡蛋的衣服向森林中走去。而此时的巴伦已经恢复了大概，破损的皮肤现在变得更加结实有力。他自言自语地说着，看样子是又进步了，差不多可以精准控制再生。巴伦再次抚摸一下脸上的皮肤，说道：“目前头部就只能陷到这个程度吧。”他若有所思地低头看向脚下吃完的食物，发现是消耗很多食物来提供能量，才能让身体得以再生。但因食物存放太久的原因，已经失去了本应该有的味道，能量也是很有限。安稳下来，巴伦开始思考接下来的任务。首先是四兵赛的任务，不过那些认为应该尽快完成的人，我认为应该放在分出结果之后。如果猜测的没错，大概今天晚上就会动手了吧。此时在王的宫殿中，王正端坐在宝座之上，身旁的护卫也站得笔直。突然，王轻声说了一句：“有人闯入王城。”话音刚落，王与护卫身形开始扭曲，这便是王的能力之一——传送。转眼之间，二人已经平稳落地，此地正是神树所在之处。站在神树前的王大喊一声：“内森卫何在？”而此时，其中一名内森卫正在与来人打得如火如荼。来人手拿魔法棒，火焰在他的指挥下发出滋滋的声音。随着一棒点出，火焰像长了眼睛一样冲向了内森卫，而刚刚还是几缕小火苗，随着魔法师加大了魔法输出，瞬间变成了熊熊烈火。呼呼作响的大火将内森卫团团包围，大火映照他的面容都发生了扭曲。魔法师知道光这点火还不够杀掉对方，于是更加大了输出的魔法力量。可魔法师不知道的是，内森卫可不是普通小卡拉咪可以撼动的。此时的内森卫已经撕开了火焰，露出了峥嵘。在内森岛上，今夜注定是个不眠之夜。王宫中闯入了诸多不速之客，闯入者与内森卫的战斗也就此正式打响。此时，一个黑袍人正紧握魔法棒，不断向外输出着火焰，顿时就把他的面前变成了一片火海。对于黑袍人这种想将自己活活烧死的行为，沐浴在火海中的古娜却扬起了嘴角，轻蔑一笑。有女武神盔甲在，这点火焰甚至连给他取暖的资格都没有。随后，在冲到近身位置的瞬间，古娜成肩坠准，提臂挥拳，一气呵成。始料未及的黑袍人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古娜的拳头就已经到位。随后就听见一声脆响，黑袍人的脑袋宛如西瓜坠地般，被古娜一拳给打了个稀碎。轻轻松松解决完一名闯入者之后，古娜就马不停蹄地调转方向，开始追击另外一名黑袍闯入者。然而他刚准备出手，黑袍闯入者就抬手朝他射了一股绿色的不明液体。见状，古娜立马双臂交叉防御，无奈还是被这股不明液体给推出去了一段距离。当他双脚擦地卸掉后退的力后，古娜便施展了他的能力。只见他身上立即符文涌动，而符文出现的瞬间，黑袍闯入者射向他的绿色不明液体也随之瓦解。随后，古娜便利用神树赋予位的瞬移能力，瞬间出现到了黑袍闯入者的面前。而与此同时，在王宫的另一边又出现了七名新的闯入者，可是，在此地却早有一名男子等候多时，此人正是内森王位的安东尼。见到来人后，安东尼也没有废话，仅是心神一动，滋啦作响的雷球就已开始在他的周身环绕。紧接着，这些电球又飞到半空，通过雷电连接，构成了一道巨大的电网，将七名闯入者尽数覆盖在内。安东尼宛如雷神一样引动天雷，布下天罗地网，想以此将闯入王宫的七名闯入者全部化为齑粉。面对着在天空中滋啦作响，马上就要劈到自己身上的巨大电网，七名闯入者不敢有丝毫的拖沓，纷纷的掏出魔法棒开始施展防御魔法。最后，甚至为了保险起见，几人还选择合力一处，构建了一个球形防护罩做防御。然而，这个防护罩也仅是堪堪挡住了电网劈下来的雷电网。可这时，安东尼手中的雷剑早已蓄力等候多时。当安东尼手中的雷剑丢出后，再看闯入者构建的球形防护罩，就如纸糊的一般，瞬间土崩瓦解。其中的两名闯入者还没来得及躲闪，就已被雷剑贯穿了胸膛。这时天雷的威力也开始显现，无数道雷电倾泻而下，疯狂的肆虐在仅剩下的三名闯入者身上。其中稍微靠前一点的一名闯入者更是首当其冲，直接被雷电给撕成了碎片。闯入者们眼看着就要全军覆没，仅剩下的两名闯入者衣服这时突然碎裂，然后就看其中一名闯入者的手脚突然变成了金属尖刺，并且身体竟又额外的生出了三对手臂。而另一名闯入者，他手脚则突变成了像镰刀一样的利刃尖刺，他俩居然都以极快的速度瞬间摆脱了雷网，随后就冲向了再一次蓄力雷剑的安东尼。可是此时安东尼早已蓄力完成，下一秒安东尼就奋力扔出了手中蓄力的雷剑。可让安东尼没想到的是，只见那个六臂变异人那变长的身体突然来了个诡异的弯曲，直接躲过了雷剑的攻击。不过更离谱的还得是那个四肢都是镰刀的变异人，雷剑打在他身上竟然直接被弹飞了出去。因为没有遇到什么有效的抵抗，两只怪物眨眼间就冲到了安东尼面前。安东尼迫于无奈只能选择闪身后退，可他刚往后退了一步，眼角的余光就突然瞥见镰刀怪居然已经绕到了
了他的侧面，想从侧面给他来个致命一击。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一道剑光闪过，直接斩断了镰刀怪刺向安东尼的尖刺。还不等镰刀怪反应过来，又是一道剑光划过，这次不仅是镰刀怪的尖刺，甚至连他的本体也被赶到的王卫望乐舞一同给斩断。看到这一幕，那个六臂怪物立即停止了攻击动作，而雾则是再次挥刀，目标直指六臂怪。双方对视了一眼后，战斗就此打响。因为只剩下了这一个目标，所以雾选择了速度更快、杀伤力更强的决斗搏杀术。而面对这种压制力极强的攻击，六臂怪却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一个脑袋、六个手臂，且身体还能变长的优势，不断的格挡。但可惜的却是，他这次遇到的是被称之为人中之龙的剑圣望月舞。只见他每招每式都直奔要害，根本就没有什么太过花哨的多余动作。伴随着二人互相攻击速度的越来越快，周围都掀起了一阵狂风。随后就是在刀与镰刀的碰撞声中火花四溅。可是下一秒，碰撞声就戛然而止。只见雾收刀而立，唰的一声甩掉刀上的血迹。随后在收刀入鞘的时候，雾才淡淡的说了一句：“竟然是用人体炼成的，很了不起嘛。不过要是跟加西亚相比的话，应该还是加西亚更难看一些吧。”说完此话，雾就转头看向了安东尼，说道：“真是对不起啊，抢了你的猎物。”浑身冒电的安东尼则是摇了摇头，说道：“是我应该感谢你的才对，因为你不出手的话，王又要责备我，之后就又该给我安个破坏王宫的罪名了吧。”然而安东尼的话音刚落，二人就察觉到竟又有人朝王宫的这边跑来。安东尼和望月雾就立马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可随着敌人的逐渐接近，这才发现原来闯入者是被李慕玄给追赶到此处。二人见状，这才松了口气，散掉了迎敌的架势。而这时，就听李慕玄开口大声说道：“我这刚从集市回来，本想来看看我那外孙女，可却没曾想遇到了你们这帮王八羔子们捣乱。”说罢，就见李慕玄轻轻的抬手，手掌轻轻向上一翻，随着李慕玄的手掌向下一压，前面的闯入者就瞬间倒地。紧接着就听啪的一声，摔在地上的闯入者当场就变成了一滩肉酱。黑袍男人当年被称为天才魔法师，可如今却藏头露尾，不敢以真面目示人。他的黑暗魔法更是恐怖如斯，死在其手底下的人不计其数。就算被多名内森卫合力围攻，他都能打得有来有回。原本李慕玄跑过来是想看看孙女，却遇到这帮人已经打到了王宫，人还未到攻击先至，挥手之间将敌人控制，紧接着隔空一掌又将他拍成血雾。随后李慕玄转头向内森卫问道：“我刚刚用力过猛拍死的人，是被西摩斯的吗？”安东尼思考了一下，对他说：“感觉不太像，因为这些人构成太单一了。来的人有刚刚被砍成碎块的魔法师，还有人体炼成术，仅仅这两种类型就排除了贝西摩斯。对于这件事的主要策划者来说，隐藏身份放在了首位，其次才是调动力量完成目标。”雾在一旁突然想到了什么，说了两个字：“学会。”还未等他继续说下去，便听到了王的呼唤。王传声告诉他们，原来还有一个棘手的敌人正在接近圣灵，加西亚还没有成功阻止他，目前还在与敌人周旋，快去火速支援。刚刚接收完王的信息，安东尼忽然转头对李慕玄说了一句：“枪在手，跟我走。”这突出其来的一句给老李头都整懵了。此时的加西亚正与敌人打得难解难分，所化的合金如雨后春笋一样不停的生长，整条街道的地面与墙面都快被他掀开，而敌人化成黑雾却躲得游刃有余。无论合金怎么封堵去路，敌人都可以用魅影轻松躲避。突然所有黑雾呼呼呼向中间汇集，慢慢的聚拢在一起，最后从黑雾中显露出了人形，而加西亚的攻击也是接踵而至，速度不可谓不快。当黑袍之人稳定人形，合金已经到了面前，戴着鬼脸面具的黑袍人马上拿出魔法棒，黑暗魔法元素已经萦绕在魔法棒上，仿佛月牙天冲一般将魔法棒挥过，眼前的合金像豆腐一样切开。而刚刚的一道黑色光斩并非一击而散，气势如虹般不停斩断周围的合金。黑袍法师再次挥舞手中的魔法棒，又有数道黑色气劲生成，黑色所过之处寸寸断裂。不过加西亚的合金生长速度太快，为了保留实力，黑袍魔法师采用了战术性后退。这时加西亚也从合金中慢慢的显露出身形，黑袍魔法师也看中了加西亚的能力，淡淡的对加西亚说：“今天这个场合不太合适，要是换个时间的话，一定把加西亚带回去研究研究。”话音刚落，黑袍魔法师又举起了魔法棒，一团黑色光球浮现，随后光球又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停的变大，还不断的发出咕咕咕的声音。不明真相的加西亚也快速生成合金，将周身护住，等待对方接下来的攻击。转眼之间还只有头颅大小的黑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光罩，已经完全看不到里面的样子，而且还在不停的扩大，还在不停的向外蔓延。加西亚不敢大意，连忙后撤。还在他不停后退之际，又一名内森卫赶了过来，来人正是阿方索。他马上大声告诉加西亚说道：“这个黑球不是刚才吞噬你的空间，他只是在用黑球褪去周围的光，他想利用黑暗遁走。”阿方索边说边释放了自己的能力，瞬间刺眼的白光照耀整个战场，躲在黑球里的魔法师立刻无所遁形。阿方索的光芒将刚刚的黑暗一点点吞噬，前一秒还笼罩在黑暗里，下一秒已经一览无余。黑袍魔法师心想：“这个技能真可玩。”阿方索看着已经暴露身形的黑袍魔法师，严肃地说道：“我们是不会让你闯过去的。”还未等阿方索与加西亚动手攻击，黑袍魔法师身后一道光芒闪过。黑袍法师暗叫不好，这是有人要背后偷袭。本想马上躲闪，可惜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伴随着擦的一声，雾的一记下劈刀法砍在他的背上。黑袍魔法师借着下劈之力向前冲出，点点荧光从黑袍之下飘起，还伴随着一点点血雾。同时，他很震惊，对方的刀法确实厉害，竟然可以砍坏自己的魔法护盾。而雾这边也有点可惜刚才的机会，刚刚的一击没能
能将对方砍死。黑袍魔法师也提高了警惕，防止再次被偷袭，继续向后退去。此时古娜、李慕玄、安东尼三人都已经来到了这边支援，六人分别落下，把黑袍魔法师包围在中间。他却突然发现在几人身后的白雾中有股能量，而这种能量非常的奇怪，他感觉树就在那里，于是他心中有了决定，必须要拿出真本事才能脱困。只见他高举魔法棒，强烈的火焰之力瞬间窜出，火焰瞬间染红了半边天，从火苗变成了火海。显然黑袍魔法师用出了终极奥义，以野火燎原之势向众人奔去。雾看到袭来的火焰，立马深吸一口气，运转全身的力量凝聚刀身，站稳马步，大喝一声，用力砍向火焰。随着雾的爆发，才将火焰击散。安东尼也在火焰中闪转腾挪，等待着凝聚雷霆的机会。阿方索这边看着飞驰而来的火焰，他没有躲避，严阵以待，准备迎击。只见他又用出了光球这个技能，将火焰震散。他这招确实又炫又实用。而加西亚不退反进，加速向飞过来的火焰冲去。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火焰已经把加西亚吞灭。本以为加西亚已经嘎了，其实他是冲进火焰之后，瞬间释放合金将火焰隔绝，而且利用火焰遮蔽对方的视线进行反击。合金卡卡卡的从黑袍魔法师的脚下冒起，平整的地面像沸腾的开水一样，碎石像翻滚的气泡一样满天飞舞。刹那间，有两根锋利的合金就要击中黑袍魔法师，他马上伸出魔法棒进行防御。咔嚓一声，合金还是以破碎告终。可这时黑袍魔法师心却提到了嗓子眼，因为他背后的双眼早就冒出森森白光。一身铠甲的古娜果真牛批，借着穿出火焰之际，一个野蛮冲撞从背后偷袭，这一下几乎将黑袍魔法师撞个对折。他赖以生存的武器魔法棒也无力的脱手而飞。可诡异的一幕出现了，一只手掌竟然从魔法棒中伸了出来。奈森卫们全员出击，对黑袍法师展开了围攻。加西亚的合金、阿方索的光芒、雾的剑术专精、李慕玄的金手指、安东尼的高压雷剑，可是这些对黑袍法师却毫无用处。而此时正专心对付加西亚的黑袍法师，身后突然闪出了一个人影，随后扑的一声响起，黑袍法师直接就被身后的古奈一拳给打了个透心凉，而他手中紧握的魔法棒也随之掉落。可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掉落在半空的魔法棒竟突然伸出了一只手，随后手掌就化为了一团黑雾，然后黑雾就不断的扩大，直至最后化成了人形。原来是黑袍法师用这种极其诡异的方式完成了一次重生。黑袍魔法师重生之后，就听他淡淡的说了一句：“真是了不起啊！”然后就看他一边将手中的魔法棒举起，一边大声的感叹道：“这就是主人的力量吗？”说话间，天空中就凝聚出数个光球，之后光球就如梨花暴雨一般，开始朝下方的王位们发射出极其密集的光子。但是在场的王位们也都是身经百炼、万里挑一的高手，像这样的攻击根本就无法对他们造成任何的威胁。李慕玄甚至都不需要出手，仅是站在原地就能让所有光子绕行。当然，黑袍法师也没想仅用这招就将下面的内森卫们全都解决，他只是想借此缠住王位们，然后趁乱冲进迷雾前往圣树。可全身铠甲的古娜岂能让他就这样轻易的得逞？只见他硬是扛着密集的光子冲到了黑袍法师的身前。黑袍法师见古娜想用拳头阻止自己，他不禁哈哈大笑道：“想用拳头阻挡我吗？可真是被你小看了。”可古娜却是没有说话，随即就用他那带着符文的拳头一拳轰上了黑袍法师。随着一声巨响，就见黑袍法师的身体竟被古娜的这一拳硬生生给打得凹陷了进去。但由于黑袍法师有元素化的魅影护身，古娜这一拳也仅仅只是将他打退了几步，实际上却并没有给他造成什么伤害。落地后，黑袍法师刚想出言嘲讽，却突然发现魅影的时间竟然已经到了极限，所以他立即心神一动，准备开启护盾。可是护盾还没开启，他的左臂就突然飞离了自己的身体。原来是雾瞅准时机，一刀将他的手臂给砍断。对于这次出刀的成果，雾还是比较满意的，毕竟这次是斩断了黑袍法师的一条手臂。而此时迎接黑袍法师的正是加西亚的合金攻击。黑袍法师见状，连忙伸出了他那条仅剩的右臂，大声的喊道：“去死吧，你这个合金混蛋！”然后他又大喊了一声：“无障黑长！”说完此话，黑袍法师的手中就开始凝聚黑色物质。可就在此时，不远处的李慕玄也已经冲来，见黑袍法师正在蓄力凝聚黑色物质，他便伸出了自己的加藤鹰之指，然后就是两指向内弯曲，随意的一勾。可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黑袍法师的身上竟被硬生生的勾出了一块血肉，他正凝聚的黑色物质也就此被打断。紧接着，加西亚的攻击就已经到来，无数的三角形合金从天而降，直接垒成了一座合金金字塔，将黑袍法师紧紧的埋在了里面。黑袍法师还想故技重施，只见他那只露在外面的手臂突然又冒起了黑烟。可就在此时，不知从哪射来了数支雷箭，几乎就在黑袍法师生出新的身体的同时，就被这几支雷箭给贯穿了身体。原来是安东尼早有预料，提前给黑袍法师准备好了几支雷箭。可这时黑袍法师心里想着的却是，这番拼命还是有收获的，至少离迷雾又更近了一步，甚至还顺带摆脱了几乎所有的王位。面对着挡在他面前的最后一个障碍阿方索，黑袍法师分裂成了五道黑影，冲向了前往圣灵的迷雾。阿方索见状也明白黑袍法师这是想要强行闯过去，所以他立马张开双臂，瞬间就用圣光凝聚出了个巨大的光球，直接横在了黑袍法师前进的路上。看到这一幕，黑袍法师他果断放弃了两个分身，让其以送死的方式去干扰阿方索，然后自己带着剩下的两个分身成功进入了迷雾。见三道黑影钻进迷雾，马上就要消失，阿方索这才明白自己被骗，恍然大悟的他立马回头想要阻止，却发现已经为时已晚，无奈的他只能怒骂了一声混蛋。随后赶到的雾和安东尼一人一个，顺手解决掉了黑袍法师留在外面的分身。而此时李慕玄因为不是王位，无法进入迷雾追捕黑袍法师，于是他就催促阿方索赶紧去保护王，阿方索则是让安东尼直接瞬移去王的身边贴身保护，雾和古娜则守在外面防止黑袍法师趁机逃跑。安排完众人后，阿方索便与加西亚一同进入了迷雾。进入迷雾之后，阿方索便询问起了守在这里的王位艾丽卡：“刚才进来的三个家伙，你看
见他们了吗？艾丽卡则是告诉阿方索，三个被他解决掉了两个，至于剩下的一个竟然在死之前醒了过来，真是一个让人惊讶的混蛋啊。这时加西亚说道，那个人不但能使用混沌生命，还能单次持续五秒以上的魅影，而且是至少融合了八个人，裂变了四次，能做到这种程度的人屈指可数啊。难道说是斯宾塞把塔博先生给找回来了吗？听到这话，阿方索便开启了瞬移的能力。临走前他否定加西亚说道，别开玩笑了，塔博先生早都死了，就算塔博先生没死，他也根本不可能使用混沌生命这种黑魔法。加西亚和阿方索离开后，艾丽卡便盯着地上的血迹和魔法棒看了起来。而他之所以没有和加西亚他们一起前往圣地去保护王，就是因为他本身也是一名魔法师，他很清楚魔法棒对于魔法师的重要性。不说王身边已经有四名王位，但就丢失魔法棒这一点，他就能断定闯入者对王已不具备太大的威胁。而与此同时，迷雾的另一边，王和王位以利亚以及安东尼就站在圣树下，即便是知道已经有人穿过了迷雾，王也仍是没有选择离开，他反而以极其坚定的目光望向了迷雾的深处，就像是在等待某位客人的到来。而作为客人的黑袍法师也并没有让王多等，很快他就从迷雾中走了出来，缓步靠近圣树后，他一边抬手取下了头上的面具，一边问道，站在中间的这位女士就是王吗？在王的面前我在藏头露尾的话，那就属实是太失礼了呀。黑袍法师取下面具的瞬间，以利亚就认出了这个人的身份，给我们找了这么大麻烦的原来是你啊。王听到这话便侧头问向以利亚，你认识他吗？以利亚点了点头回道，之前没想到是他，是因为有传闻说他10年前就已经死了，这个人正是翡翠学会的天才，同时也是学会的叛徒，有着黑魔法大师之称的斯蒂芬怀特。王闻言看了看此时已经摇摇欲坠的怀特，随后便出声问道，海外的强者吗？你为什么要来到这里呢？而就在此时，阿方索与加西亚也瞬移到了这里，随后几人就将怀特前后包围了起来，可怀特却毫不在意，他只是嘿嘿的笑道，我来这里只是为了观光，我的这个回答你满意吗？我的王在内森岛上被人们视为神明般的神树，却让这个魔法师使用禁咒化成了粉末。黑魔法师怀特来到内森岛真实的目的是什么？这是要从他登岛之前的一段回忆讲起。一个男人正在漆黑的洞穴里行走，空旷的洞穴里面回荡着清脆的脚步声。这时男人已经走到一块刻有魔法阵的石门前面，随着魔法阵的开启，石门同时也缓缓的上升，映入眼帘的正是翡翠学会会长威廉·斯宾塞这个老狐狸。而石门后面的密室内，慵懒的瘫坐在沙发上，正是被软禁在此的黑魔法师怀特。斯宾塞率先开口问道：“怀特，你想好了吗？”怀特言语中带着情绪回道：“斯宾塞。”你哪是想放我出去，你是希望我死在那座岛上吧？斯宾塞马上说道。不，怀特，看来你有所误会，我从没那么想过。你也可以不去奈森岛，但只要你答应我从此放弃黑魔法，或者你亲口说一句你会放弃黑魔法的话，我现在就可以让你离开。斯宾塞刚刚的这些话让怀特陷入了沉思，过了好一阵才开口说，已经没有值得我去欺骗的人了。斯宾塞，你也不配。斯宾塞冷哼一声说，我真不知道到底是我关注了你，还是你根本不想离开。魔法师、炼金术士还有巫师都对你无可奈何，最终彻底打败你的却是普通的武装人员。怀特，这件事给你的挫败感真的那么强吗？斯宾塞的激将法很管用，怀特问道，你打算让我去岛上做什么？只是去看看那棵树吗？很显然斯宾塞的计谋得逞了，眼睛一亮继续忽悠说道，对其他人有具体指令，但你没有，就像你说的我不配，而且我相信见到他的那一刻你会做出自己的判断。怀特疑惑，难道除我之外你还要再多放出来几个人？斯宾塞表示，只是给你安排几个助手，你不同意吗？怀特认真的说，必须要我的狂热信徒才可以，这样他们能共享我的能力，同时也可以为我消耗生命，至于其他的你也不用多问，总之这是你们这些虚伪的人最不能容忍的手段。斯宾塞拉着老脸轻声说了一句 OK， 这没有问题。怀特把来之前的事情已经讲完，王却冷脸说道，怀特先生，你做出这么大的牺牲来这里就是为了和我讲个笑话吗？说完就一脸正色的看着怀特，王身后的神树也不停地摇曳着，慢慢地散发出柔和的白光，仿佛在诉说着什么，看得怀特有些吃了，并说自己真想亲眼看看古代巫术的杰作，刚刚所说都是认真的。说完就抬起脚步踉跄的起身就要向前走去，后面的阿方索非常警惕，想要上前阻止，在王身旁的以利亚也准备拔枪，王却抬手制止了以利亚。怀特就像没有看到其他人一样，径直地走过众人，慢慢向神树靠近，当站定在神树面前时，感觉灵魂都在被神树牵引，于是他将手轻轻地抚摸在树上，就感觉像触碰他的皮肤一样，之后才开口说道，真是了不起啊，我现在能感觉到这股力量散发在整个岛屿之上，这就是内森的核心吗？是他影响着岛上的每一个人吗？他可以让你们与众不同，你们都属于树的孩子。突然怀特眼角流出泪水，大声地说道，我想保护他，我想和你们一起保护他，我不能容忍他落到那些贪婪的下等生物手中。王看着眼前怀特的表现，表情一点变化都没有，仿佛他早已知晓这一切一样。这时怀特转头对王说道，王，对不起，可是我也无法接受再一次败在那些下等生物手中了。语音刚落，怀特按在树上的手已经冒起红光，显然怀特对神树发动了技能无障湮灭咒。随着技能的发动，神树表面爬满了蜘蛛网般的裂痕，红光大放之时，怀特将最后的力量打在神树之上，而神树应声化成齑粉消散在空气之中。刚刚的举动王与奈森为无动于衷，完全没有上前阻止，虚弱的怀特也无力地跪倒在地。当他看见消散的神树只留下一个漆黑的树洞之时，他知道自己被斯宾塞耍了，因为那个老狐狸已经预判了怀特的预判。忽然怀特发现有些不对，刚才对神树的感觉并没有消失，他已经用了 3S 技能湮灭咒，神树
术已经化为虚无之后，不但感觉没有消失，还有所变化，而且脑袋里有个声音不停地吟唱，一颗散发着金光的神树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好半天怀特才明白过来，自言自语说道，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当他呆呆地再次看向眼前的树洞，从树洞的泥土中有数条根枝慢慢生长而出，又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相互交织缠绕起来。短短几十秒，所有根系已经生长完毕。当他在抬头观看的时候，神树已经复活，或者说神树根本就没有死。这时王才开口对怀特说道，怀特先生，我不管你的目的是什么，但是你成功取得金枝。此时一节金色树枝安静地躺在怀特身旁，伊利亚也将枪口对准了怀特。王接着说道，你已经听到神树的感召，重新认识一下。你好，我的挑战者。怀特吐了一口血，虚弱地说道，受神树的影响，诞下拥有天赋的神之子，作为交换，神树感召拥有某种强烈品质的神子，用毕生来侍奉神树，这种品质就是牺牲。我说的没错吧？而拥有牺牲品质的神子接受了神树的感召之后，忠诚的铁卫和无私的圣王就诞生了，以此构建出只属于天赋者的理想国。在你们构建的国度里，没有那些乌合之众与贪婪之辈的位置，活该你们不被世界接受。王开口纠正怀特说道，折断金枝的挑战者也是如此，不管初衷是什么，冒着生命危险来挑战王的，最终换来的除了能够进入这个牺牲体系，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不得不说，怀特先生，你也是具有这种品质的人了。怀特不屑地哼了一声，心想，神树、圣灵也就是那样，这就是他的真面目，真是悲哀。此时伊利亚的枪口已经冒出了必杀的黄色光芒，砰的一声枪响，一代杰出的魔法师就此落幕。谁能想到他会死在这座岛上？谁能想到他会死在神树面前？还未等怀特凉透，王的身上亮起光芒，念起了咒语：伟大的神树啊，为你献上候选之王，请您笑纳吧。当王施法完毕，怀特周边的泥土就有了变化，数条树根破土而出，化成利爪一般的树根纷纷刺入他的体内，每一条在怀特体内的树根犹如一条管道，源源不绝地为神树输送着能量。逆光下的王有些让人觉得可怕。黑魔法师怀特死后，奈森卫们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奈森王也回到了王宫。从他平静的表情可以看出，此次风波并未对他造成太大的影响，迷雾中的神树也依然矗立在那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至于怀特，应该是早已被吸收殆尽，成了神树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王宫的某一处，石川信又再次找上了雾，然而还没等他开口，雾就先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告诉石川信，不要浪费无谓的口舌了，他是不会回去的。见雾态度如此坚决，石川信皱着眉头思索良久，然后他选择了妥协，单膝跪地行完礼后便转身离开。不过在出门之前，他对雾说道，我不会离开这座岛的，哪怕是在贝西摩斯的船上，我也会等你到最后。雾听到此话后却是觉得甚是可笑，所以只是冷哼了一声作为回应。而此时另一边的王宫内，李慕玄与他的女儿找到了内森王，可哪曾想李慕玄找到内森王的目的竟然是要求留在内森王的身边做内森卫。可还没等王说话，李慕玄身旁的李灿就先开口问道，你这个一向任意妄为的老头，说话从来都不出尔反尔，难道是发生了什么让你改变了主意吗？可李慕玄却并未对此做出解释，只是淡淡的看着内森王说了句，闺女啊，咱们做个交易吧，至于这笔交易的具体内容还暂未可知。另一边的张楚兰却又再一次找上了大俊，就在两人相谈正欢之时，面具男却突然跑了进来，他把得到的有关王宫出事的消息汇报给了大俊。大俊闻言却是冷哼了一声，王宫也出事了吗？现在乐园那边也很热闹啊，肖恩与道调正在决斗呢。一旁的张楚兰闻言好奇地问向大俊，肖恩与道调在你们这很有名吗？大俊回道，是的，以肖恩为首的英雄和道调身边的恶棍团，他们已经是斗了十几年的老对手了。肖恩和英雄们大多是贝西摩斯 SP 系列的产物，至于道调的来历就没人说得清了，只知道几年前他带着他的恶棍团们来到了内森岛，没过多久就收拾了乐园的旧人，统治了乐园。张楚岚闻言惊讶地问道，这么厉害吗？那你知道他的能力吗？大巨摸着下巴回道，我知道他的能力有很多，例如惊人的速度与力量，还有念动力什么的，但具体的根源就说不清楚。虽说他的确很厉害，但要说跟肖恩决斗就有点离谱，他和肖恩做了几十年的对手，靠的可不是力量，而是那些阴险的诡计啊。但听说这次的决斗已经持续了十几个小时了，而且还是他一直占据着上风。听到这里，张楚岚说道，这样反正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闻言大巨嗯了一声回道，确实跟咱们没什么关系，那就告诉你个与咱们有关系的吧，最新消息，你们离开的问题应该能解决了。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张楚岚来了精神，然后就听大巨又接着说道，天亮的时候就能见分晓了。接着大巨又指了指身边的面具男说道，到时候如果属实的话，就让我旁边这小子给你们带路吧，他叫李光，能听懂你们的语言。这边大巨刚做完安排，门外就有人喊他，说阿方索送过来的一个人指名要见你，想让你帮忙找一下那几个外来的孩子。大巨这时回头才发现，阿方索送过来的竟然是王的母亲李灿。见到李灿，他连忙起身喊了声，夫人您怎么来了呀？李灿闻言告诉大巨，还不是因为我那个任性的父亲，他想拜托这些外来的孩子顺带把我也一起带离这座岛。对于大巨来说，这件事他自然是没有拒绝的理由，于是便给张楚岚一行介绍起了李灿。得知李灿的身份后，张楚岚也很是惊讶，他怎么也没想到眼前的女人竟是李慕玄的女儿。介绍完后，大巨又对李灿说道，夫人真不敢相信啊，你竟然会答应离开这里。李灿叹了口气回道，没办法呀，我跟父亲做了笔交易，只有我离开内森岛，他才会代替我为内森而战，如果我要是拒绝的话，他就会成为内森的敌人。他还说，如果我要是骗他让他知道的，他就会与内森势不两立。你知道我父亲的性格，他能做得出来这事，与弱小的我比起来，父亲当然是更为强大的战力，所以王做出了英明的决断，那就是我离开这座岛。听李灿讲完要离开内森岛的原因后，大巨说道，夫人你还真是幸运呢，不出意外的话，这些孩子马上就能离开这里，但凡早一天或者晚一天，我都只能对你说抱歉了。李灿听到大巨的话后冷哼了一声，表示出了他对父亲强行要他离开这里的不满。这时张楚岚回头看向了巴伦，意思是想问他要不要一起离开，立马明白了张楚岚意思的巴伦却只说了一句，祝你们一路顺风。
吧，话里的意思就是表示他不会离开。时间来到第二天早上，李光把张楚岚他们领到了一处海滩，然后告诉他们就是这里，情报没错的话，接你们的人会在这里出现。说罢，李光就向海滩跑去，查看起海面上的情况，好像生怕张楚岚他们错过了接他们的船只。可是张楚岚他们却并没有跟过去，而是慢慢的跟在了李光的身后。察觉到并没有跟上来的张楚岚几人，李光便问道：“在你们这些外来人眼里，我们岛上的人是不是都是怪胎呀？”张楚岚闻言笑了笑，回道：“我们并不会这么觉得。不过你这一直戴着个面具，多少是有那么一点奇怪。”李光听到这话，先是一愣，然后一边摘掉面具，一边给张楚岚解释：“其实我也不喜欢成天戴着这么个东西，只是老师跟我说我的能力进展太慢，戴着这个面具有助于我调整呼吸。”当张楚岚见到摘下面具后的李光，怎么也没有想到李光竟然是一个跟他岁数差不多的红瞳歪嘴帅哥。于是他便问向李光：“你从来都没去过外面吗？”李光耸了耸肩，回道：“我就是在这座岛上出生的，是老师捡到的我。后来又嫌我麻烦，就丢给了大巨。大巨那里有很多外面世界的记录，集市里的人大多都不喜欢外面，就像恶病他们，感觉他们好像觉得外面很麻烦的样子。”说到恶病，许光突然转过头对陆玲珑说道：“你知道吗？恶病跟你打了一架后就离开集市了，这一架他好像打得很开心啊。”可陆玲珑却没有说话，毕竟已经变成了这副模样，回去之后能不能变回来还是两说呢。李光见陆玲珑不说话，便转移话题说道：“我也要去外面的世界了呀，多少还是有一些紧张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海风太冷，还是因为对外面世界的恐惧。”李光的身体甚至都有些发抖。还好没多久，一只船就出现在了海面上。李光兴奋地指着那只船告诉张楚岚：“就是他们，如果情报没错的话，这条船不是被西摩斯的，而是你们的人。”片刻后，大船上就放下了一艘快艇。等到快艇靠近了些，张楚岚就认出了快艇上的两个人，正是他的老熟人诸葛青，而另一个开快艇的却是公司改编的十二上根器之一的钟小龙。认出来人后，张楚岚就打起了招呼：“你这是混得挺好的呀，青哥。”诸葛青闻言则是歪嘴一笑，然后用略带嘲讽的语气说道：“小同志啊，真是哪有热闹哪就有你啊。”而旁边的钟小龙却是更为直接的说道：“青哥，我们是不是不用带这个不要碧莲一起回去啊？”全信恶童李慕玄跟他的孙女奈森王做了笔交易，那就是只有他的女儿李灿离开奈森岛，他才会为奈森岛而战。也正是因此，李灿才会跟张楚岚一起撤离。而此时来接应张楚岚众人的正是诸葛青与钟小龙。当诸葛青与钟小龙上了岸后，最先引起他俩注意的就是恶魔形态的陆玲珑。即便是经过了再三确认，钟小龙也无法承认眼前这长着犄角的红皮人就是以前艺人圈里公认的第一美女陆玲珑。仅此一事，就让钟小龙对脚下的这座岛充满了恐惧。而诸葛青却对陆玲珑的变化并未感到太过惊讶，他干咳一声后说道：“我们回去再说吧，能回去就是胜利了呀。”张楚岚听完诸葛青的话，转头对李灿说道：“夫人，我们走吧。”可这时诸葛青却突然说：“现在恐怕还不能走啊，得等一下呀。”诸葛青的话音刚落，天空中就飞来了一架阿帕奇。钟小龙抬头望了一眼说道：“来得还挺快啊。”张楚岚却对此十分疑惑，他一边望着靠近的阿帕奇，一边问诸葛青：“这是干什么的呀？”诸葛青解释道：“是被西摩斯的人，根据双方的约定，咱们的人如果需要撤离的话，不仅要在他们的监控下进行撤离的人员还必须经过他们的身份核准。”给张楚岚解释完后，诸葛青便上前跟被西摩斯的人做起了对接。对接工作完成以后，被西摩斯的人就开始用仪器挨个查起了每个人的身份，当然其中也包括了要一起离开的李光和李灿。快速扫描了一遍后，被西摩斯的人就点了点头，示意张楚岚他们可以离开了。得到许可后，张楚岚便对李灿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说道：“夫人，现在我们可以离开了，您先登船吧。”可他的话还没说完，手机就突然响了起来，于是他又连忙对李灿说了声抱歉：“我先接个电话。”接起电话才知道是徐四打来的，而至于送走李灿的任务，自然而然的就落到了钟小龙的头上。诸葛青这时也问向李光要不要跟他们一起离开，闻言李光突然一愣，看了眼即将要登船的李灿后，就在他刚要开口说也想一起离开时，被西摩斯的人就突然打断了他，说：“这里的人都可以离开这座岛，但唯独你不可以，因为你是岛上集市的一员，已经在我们接收的名单上了。”李光闻言先是一愣，随后就尴尬的笑了起来，然后才说道：“对啊，看来我还是和大巨他们待在一起的好啊。”说罢，他便向张楚岚他们挥了挥手，大喊道：“我已经把你们送到地方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呀。之后有缘的话，咱们就外面的世界再见吧。”目送着李光身影的消失，众人也只能对此深表遗憾。见李光已经走远，诸葛青便对张楚岚说道：“老张啊，咱们也该上船了吧。”可正在接电话的张楚岚竟然直接无视了诸葛青的提醒，也不知道张楚岚正一脸严肃的跟电话那边的徐四说着些什么。等挂断了电话后，张楚岚才对诸葛青说：“青哥呀，你别管我们了，你就继续你的吧。”听到此话，诸葛青瞥了张楚岚一眼，便打着哈哈的对钟小龙说道：“行了，小龙啊，咱们送夫人去黄总了吧。”而此时已经坐上快艇的李灿正在呆呆的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远的海岸线，他这时露出了痛苦的表情。作为神树和内森王最忠实的仆人，他为自己不能为王和神树而战感到痛苦和伤心。也许唯一能让他欣慰的，就是战力强他数倍不止的父亲李慕玄会在他离开之后为王和这座岛而战吧。与此同时，海岸线上的诸葛青正在对着对讲机说话：“黄总啊，我到位了呀，刚刚已经送了一位回去了呀。”原来对讲机另一边的正是黄伯仁。黄伯仁听到诸葛青的汇报后，就立即吩咐老杨：“你们指挥台的赶紧放鹰。”接到了黄伯仁的指令，老杨立马告诉身边的操作员启动飞鹰计划。之后就随着老杨的一声令下，舰艇甲板上无数的无人机机翼便开始了转动，然后就在嗡嗡声中陆续升空，之后便纷纷飞出了舰艇，径直涌向了海岛。当被西摩斯的人看到天空中这密密麻麻的无人机时，当即就跑到诸葛青的面前质问道：“你
们这是想干什么呀？可诸葛青却摆了摆手回道，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嘛，我们只是想安全撤离我们那边的人而已，但我们又不想动用太多人力介入到这里，这完全是为了你们被西摩斯着想了，因为我们不希望我方的人进入这座岛后给你们之后的行动带来不便了，所以只派这些无人机进入岛内进行通知。可无人机刚飞入奈森岛不久，被西摩斯的领队罗恩就给黄伯仁打来了卫星电话，不客气地质问道，你们这些无人机是怎么回事？而黄伯仁却是不紧不慢地回答道，哎呀罗恩先生啊，这不都是为你们考虑吗，我们的人又没登岛，只是放了些大喇叭上去通知一下而已，愿意跟我们回来的就会得到指定的撤离地点，我们绝不给你们添一点麻烦。罗恩听到黄伯仁这话被气得青筋暴起，但却又找不到反驳的理由，所以就只能气冲冲地警告黄伯仁，后面我们被西摩斯的行动一旦开始，就别让我再看到这东西。黄伯仁闻言立马答应了下来，没问题没问题，等你们一开始行动，我就立马安排人去回收这些无人机，要是到时候还有，你们随便击落就是。其实在双方交涉的这段时间里，负责通知的无人机已经在岛上的各处开始了广播，至于广播的内容，无非就是告诉岛上能听懂中国话的人撤离的地点、撤离的时限以及如何撤离，顺带再把回去的政策做个通知。公司也知道能千里迢迢跑来这座岛，基本也都不是什么安分守己的人，要么是为了躲避仇人追杀，要么就是为了逃避刑事责任，所以公司给出的政策是除了刑罪以外，其他的都既往不咎。为了宣传的绝对到位，无人机甚至都飞到了王宫附近，不过黄伯仁还是比较清醒的，并没有让无人机直接飞到王宫里面去。可即便是这样，包括安东尼在内，阿方索他们几个王位也仍是感到了一丝心烦意乱，但王和伊利亚却没有，因为他们知道眼前真正的麻烦不是公司的这些无人机，而是已经磨刀霍霍的贝西摩斯乐园这边。道调也同样看到了飞在天上的无人机，他冷哼了一声后，以略带嘲讽的语气说了句有趣，然后便转过头问向肖恩，我已经打败你了，而且是没有使用任何阴谋诡计真正意义上的打败了，你会遵守我们之间的约定吗？躺在地上的肖恩不答反问道，你是什么时候得到的这种力量的？道调则是有些无语的回道，你在明知故问吗？你我交手这么多年，你应该早都发现了吧， SPE 可不止你一个幸存者呀，其实你我的力量都是同源的呀。画面又回到奈森岛的海岸边，张楚岚正看着天上的无人机感叹道，咱们这黄总还真他娘的是个人才啊，不去公司的宣传部门属实有点可惜了。诸葛青见张楚岚还有心情开玩笑，便提醒道，无人机通知开始后的三小时，贝西摩斯会全面接管这座岛，也就是说这三个小时内能到这里的人才是我们需要转移的目标。陆玲珑这时却突然问向张楚岚，碧莲咱们还走吗？听到此话，张楚岚却陷入了沉默，思索了一番后，他便把陆玲珑和陆林叫到了一边，告诉他们刚才的电话是四哥打来的，他在电话里跟我讲了一件关于李慕玄的事，他告诉我经他连夜找人查了一番资料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李慕玄这个人应该和假神之乱没什么关系，44年之前他就从众人的眼中消失了，不过当年的很多老人都知道他，当年全姓恶童李慕玄的名气可是响得很呐，据说这个人跟三一门的消失有着莫大的关系，就连当年吴根生大闹三一门的时候他也在场。来到内森岛后，张楚岚他们不仅没有找到阮峰，陆玲珑还莫名其妙的变成了丑八怪。就在他们灰溜溜的要离开内森岛的时候，张楚岚却接了个徐四打来的电话，得知了一个消息，原来那森王的老爷李慕玄竟然是全姓恶童，还曾经与吴根生参与过当年三一门的事情。此时张楚岚正对陆家兄妹解释，李慕玄这个人很多圈里的老人都知道他，但是几十年来却从没有人提起过他，一是因为这人很早就消失了，比起后来的假身之乱他就不值得一提了，再一个就是因为不想去戳陆老爷和三一门的伤疤吧，而且当年亲身经历三一门事件的人差不多都死绝了，外人又如何能知道当年三一门的左门长和吴根生之间的恩怨纠葛呢？听张楚岚说到这里，陆玲珑看了一眼陆林，陆林却咧嘴一笑说道，李慕玄现在应该还在王城吧，随即他就猛地一把抓住了张楚岚，在张楚岚的一脸懵逼中，陆林对张楚岚说道，谢谢你啊小张，实在是太感谢你了呀，谢谢你在这个时候对我们坦诚相告啊。陆玲珑这时则从旁解释道，如果张楚岚真的在大家离开了岛再告诉他们，虽然大家情感上能理解他的做法，但以后也不会再深交了。几句话说的张楚岚很是不好意思，随后他便向兄妹二人问道，那么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陆林闻言回道，那还用说吗，李慕玄现在必然是在王宫里，我们势必是要去一趟的，但从局势上来看，我们去了必定是要玩命的，而且玩丢的可能性还不小，所以王城我是不建议你跟宝姐去的。张楚岚听到这话当即就怒了，看不起谁呢，我肯定要跟你们去的，再说本来是我拉你们来玩命的，现在轮到你们的事了就撤退了，我还没有鸡贼到那个地步吧。这时张楚岚又话锋一转，问向了陆家兄妹，那么我们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呢？陆林严肃地回道，至少要找到李慕玄，问清当年三一门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能捎带着把他带回陆家，这样也许陆老爷就能把多年的心结解开了。说罢陆林转头一把将行李扔给了宝姐，说道，宝宝啊，我们轻装过去，尽量速去速回，你就在这里等我们回来吧。宝姐听到此话一脸懵逼，呆呆地看着陆林，陆玲珑这时插话，恋爱这种东西真的会让人变傻呀。张楚岚则是一脸疑问，随后张楚岚就一脸埋怨地问向陆林，我说林哥呀，拉我去玩命你就不心疼是吧？陆林闻言磕磕巴巴的不知道怎么解释是好，陆玲珑这时则表示，行了哥，你也别墨迹了，咱们全凭自愿吧。这时在一旁看了半天戏的诸葛青忽然问道，我说呀，你们想干嘛我就不问了，但我听着你们好像是要去王城是吧？张楚岚闻言突然想起了什么，随后便问向诸葛
葛青，老青啊，我们是不是只有三个小时啊？诸葛青回道，公司给的指令是带人三个小时内撤离，但是我们不会马上走，会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张楚岚对公司的这个举动感到很是不解，便问向诸葛青，咱们这是想干嘛呀？诸葛青也是不解的回道，具体我也不清楚啊，公司的只是室内森岛上的事我们不干涉，但至少要知道这里接下来要发生些什么。说完此话，诸葛青又问向张楚岚，话说你要去王城，你知道王城在哪吗？看着张楚岚尴尬的模样，诸葛青便知道了答案。随后诸葛青便掏出了一张纸递给了张楚岚，说道，这个你拿着吧。张楚岚打开后发现诸葛青递来的竟然是奈森岛的地图，然后便不可置信地问道，咱们怎么会有这里的地图的呀？难道公司一早就注意奈森岛了吗？诸葛青闻言淡淡地回道，就在不久前，不知道是什么人把这地图散播在了暗网上，现在估计凡是关注这里的人应该都是人手一份了吧。说罢诸葛青便掏出了对讲机，对另一边的黄伯仁说道，黄总啊，一会你让人再给我烧个台子过来吧。然后就将手中的对讲机扔给了张楚岚，说道，这个你拿着吧，频道不要改，我们随时保持联系。张楚岚道了一声谢后，一行四人就往王宫的方向狂奔而去。看着四人逐渐远去的背影，诸葛青自言自语地说道，一定要活着回来。由于无人机的大喇叭一直在奈森岛上狂轰滥炸，轰炸的内容一直重复着，同胞们抓紧了呀，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这是你们唯一一次可以撤离奈森岛的机会了呀。也正是因此，张楚岚四人在赶往王宫的路上就遇见了一对打算逃离奈森岛的夫妻。看着迎面跑来的这对夫妻警惕的模样，张楚岚连忙出声提醒，别怕，撤离的地点就在前面，离这里不远了。可是这对夫妻却并没有答话，只是在擦身而过之后确定了张楚岚他们确实没有恶意，才道了一声谢。几人又跑了一段路程，张楚岚拿出了地图确定了一下，说道，按照地图上画的，前面不远就应该是王城了呀。陆林闻言打趣道，这一路可遇见了不少撤离的人了，咱们这一路指指点点的倒是没遇到什么危险，哈，还是挺顺利的嘛。陆玲珑听到这话吐槽道，哥，你赶紧闭上你那个乌鸦嘴吧，你看前面树上那几个身影看样是来者不善了。陆玲珑的话音刚落，那几道身影就通的一声从树上跳了下来，拦在了四人的身前。就听其中的一人大声的吼了一句，你们几个站住。张楚岚几人摸不清对面人的底细，不敢轻举妄动，就停下了脚步。细看之下，拦路的一共有五个人，其中领头的就是刚才大喊让他们站住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肌肉男。这时就听其中的灰袍男提醒肌肉男说道，没见过这些人了，至少他们不是咱们岛上的岛民。肌肉男闻言则是对张楚岚他们说道，从现在开始，这里除了王宇卫还有宣告效忠王的岛民，谁都不许通过。可是不会外语的张楚岚却是一句都没听懂，他立马催促宝姐去交流沟通，并且还嘱咐宝姐能不打架咱尽量别打。当对面五人得知张楚岚他们是来寻找李慕玄的后，几人纷纷表示不知道也不认识李慕玄这个人。不得已宝姐只好告诉几人，李慕玄是王的老爷，他们几人可是王的老爷的朋友啊。可哪曾想肌肉男却说他们效忠的是内森王，王的血亲跟他们并没有什么关系。说完此话，肌肉男又想了想说道，既然这样你们就报上你们的身份吧，我给你们转达一下吧。而与此同时，另一边的王宫内，王得知了张楚岚他们想来王宫寻找李慕玄后，便笑着问向了李慕玄，那个冯宝宝他们现在居然也在岛上，但是我现在不想让任何人进入王城，可是他们说是来找你的，那你说该怎么办呢？李慕玄闻言沉默了片刻，自言自语道，陆家的兄妹吗？其实之前在集市，李慕玄看到陆林用逆生三重的时候，他就已经猜到这些人有可能会来找他，毕竟逆生三重是三一门的独家绝学，而他又是为数不多可能了解三一门门长大银仙人左若彤之死的人，现在听到有两个姓陆的，他就更加明白这些人来找他是要做什么。想到这里，李慕玄刷的一下跪在了王的面前，说道，王我有一个请求。然而这边李慕玄的请求还未止，另一边肌肉男却接到了指示，说那位李先生和你们并不是朋友，他也不想见你，王的指示是现在就请你们速速离开奈森岛。陆玲珑听到肌肉男的话后，对张楚岚小声的说道，碧莲啊，没时间跟他们周旋了，他这个态度也是在咱们的意料之中吧，既然这样那我们就闯过去吧。张楚岚闻言心中暗道，看来也只能这样了，在完全不失礼的情况下见到李慕玄是不可能了。随后张楚岚便向大家嘱咐道，大伙记得手下留情啊，我们可不是来与奈森岛为敌的。陆玲撇了撇嘴回道，那是当然，我现在最不想交手的就是奈森岛的人了。说完此话，张楚岚几人便看向了对面正在小声交谈的几人。片刻后，肌肉男便对张楚岚他们说道，王还说了，如果你们拒绝离开的话，就由我费尔南多门德斯来强制驱逐你们。听到此话后，张楚岚他们谁也没有接话，可是一个个的表情却是冰冷的可怕。门德斯见状也不再废话，直接就是一脚踏了过来。